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加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好，经过一轮嘅执嘢之后，我哋而家翻翻嚟啦。系啊，执咗啲乜嘢咧？我哋究竟执咗啲 link 咯，所以大家应该 reload 咗噶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睇得好清晰啦。应该而家就诶，有啲朋友仔话俾我哋听，头先话咧就冇声，我把声咁大声，佢都话冇。哦，咁而家应该会 OK 噶啦 ，OK 噶啦，而家 OK 噶啦，系啊。嗯，同埋同一时间咧，亦都有正选阵容出咗嚟噶，双方已经有。OK， 咁好。咁就等我报一下先啦。交俾你啦。好，皇家马德里的正选阵容啦，龙门队长卡斯亚斯，四条后防，左闸冈察奥，右闸卡华特即，中间华拉尼搭住沙治奥拉莫斯，中场三个摩迪、基迪拉、迪马利亚，前线三个斯朗、宾斯马、巴尔。马德里体育会的正选阵容是13号龙门哥图尔斯啦，四人后防线戈颠、菲勒比路易斯、桑法兰、米兰达，中场四个泰阿高、高基、努尔加西亚同埋加比，前线一对箭头大卫韦纳、迪亚高、哥斯达。咁领事要问下你先啦，其实你觉得双方嘅阵容，好似尤其是皇马啦，出咗真系如可能话外界所料啊，真系唔信任伊拿啦，文迪而用咗一个
九疏戰陣，啱啱先喺聯賽復出嘅基迪拉，你會點睇法呢？其實唔係好怕嘅呢啲嘢，佢之前唔好話淨係聯賽，佢之前一路都有，即係嗰個情況亦都唔係話太差，咁變咗其實夾開夾慣咧都 OK 嘅，即係只不過係爭在會唔會話即係臨門呢一下先嚟咁樣咧，會有啲問題咁解嘅啫。其實我唔係好擔心呢、這個。唔係，因為最大嘅問題，我會覺得係。沙治奧拉莫斯往時都是做緊一個叫做四人放線之前最後那一點，但基迪拉明顯地即可能話佢不嬲慣性以嚟嘅踢法都是比較中意比較中意插後從後插上入去嘅，咁、會唔會話容易令到可能話後防嗰四個人後防線嗰個屏障係空虛咗？我最擔心係呢個問題嘅啫。其實我又唔係好擔心，尤其是去到決賽，亦都唔使話去到呢啲位，亦都唔使咁太擔心，因為我相信安查提佢本身。排得呢一個陣出嚟嘅，佢亦都應該要對所有嘅球員之前嘅嘢有曬信心嘅。但係如果你話馬體會方面，可能大家會最值得留意嘅地方就係迪亞高哥斯達。係。上個禮拜嗰場聯賽，我好似話傷咁，我記得好似係受傷咗。係咯。但係而家呢一刻佢正選出翻嚟，真係唔知道佢個狀態幾多。我咁諗啊，佢狀態去到有幾多？對於馬體會贏唔贏到呢一場波，我覺得係舉足輕重的。都好重要嘅，其實咁樣講，即係唔好話正佢啊。其實成個馬體會好多嘅，即係睇完個正選陣容，好多個都好有影響嘅。即係你好似話即係高基嗰啲又係啦。你基本上佢又係唔係？其實佢嗰四條四人中場啊，中場四人後防線都。慣性以嚟用呢個陣容，只不過就話喺即係可能話迪歐高哥斯達，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如果真係用到亞祖安，我諗可能話用到亞祖安嘅話，其實可能個攻擊方面其實會差咗啲，即係埋門把握能力會差咗些少嘅。但係而家你話喺呢個時候，斯蒙尼啊，佢依一刻佢覺得。用呢、這、一個，佢寧願搏一搏，搏一鋪。搏㗎啦，其實而家無論做乜嘢都係搏㗎啦，講真。佐敦點睇啊？啱啱就坐低咁啊，睇個陣容。咁啊，其實我就覺得基本上，我諗喺皇馬裏面最大嘅問題，一定係冇咗阿沙比啦。咁因為你冇咗沙比有個好大，即係你睇得到佢由即係一路以來由利基去到皇馬嗰個重要性就係、是、佢除咗嗰、那個攔截力夠硬淨之外咧、最重要嗰一點咧就係佢個長傳係好準，冇錯。因為基本上皇馬佢而家踢嘅方法冇噶，你都話落唔使講陣容噶，我都唔知點解你講得咁辛苦。皇馬唔使講噶啦，前面三個被揀就係4-3-2-1噶啦，踢一世都係啊，去邊度踢都係用嗰個模式去踢噶啦。等於曼城嘅Pellegrini， 佢永遠都係4-2-2-2噶，佢揾嘅球員翻嚟就係做呢樣嘢。但係咧喺成個排陣裏面個重點咧就會係喺翻沙比度啦，因為你而家睇得到佢前邊包括斯朗或者巴爾都係，佢哋一個縮後咗嘅時候，4-3-2-1縮後咗嘅時候，當佢哋喺自己嘅30碼裏面搶到個波嘅時間咧，佢哋嗰個 target 一定係揾前面嗰三個。當中裏面個長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即係你話基迪拉嘅長傳同沙比亞魯送嘅長傳，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一定係爭。即係點都起碼爭一成，即係我最低消費我都覺得係起碼爭一成。個長傳嘅準程度唔夠高咧，同埋呢啲大賽咧，坦白講句，大家都唔想失第一球。咁至於成個比賽嗰、那個環節或者預測性，我相信後少少啦。但係最基本，我覺得喺皇馬裏邊咧，你冇咗沙比嗰個長傳，要會換到基迪拉咧，可能會引致到另外一個問題。我擔心嘅就係咧，基迪拉攞咗個波之後咧，佢會帶嗱。因為好長傳嘅球員咧，佢係會越代越後嘅。你都睇得到，譬如而家嘅四哥啦，即係利物浦嘅謝拉特啦，佢哋都係派路啦。佢係褪到差唔多喺兩個中堅嘅前面，然後跟住放一個長傳上嚟。而基迪拉嘅踢法咧，我覺得佢又未必有即係對於呢即係唔係咁耍家，即係對於呢個踢法，佢唔係咁耍家。佢好大機會攞咗個波，佢都係要向前去推，佢係偏向向前走嘅球員咧。咁同一貫沙比踢嗰個方法有少少分別啦，咁我擔心喺呢度啦。咁坦白講句，一出個陣容出嚟睇兩邊稱出咧，差唔多最好人腳佢擺曬出嚟噶啦。唯一樣嘢我擔心就係皇馬就係擔心呢度嘅啫。咁至於喺馬體會裏面，我覺得就係即係佢行得
即係行得路嘅佢都行曬出嚟㗎啦，即係唔好話踢得啦，行得路嗰啲佢踢曬出嚟啫。因為我好我嗰日咁啱啦，我哋之前都同何輝做咗一個節目，雖然未出街啦，我哋有討論過呢啲，大家記得留意啊。咁重點就係即係我覺得迪亞古哥斯達一定唔係十足嘅。咁而佢要俾佢踢正選，我好相信喺領隊或者教練嘅心態就係話佢點都有一個威脅性，希望皇馬個防線唔好放肆，擺一粒有影響力、有威脅性嘅前鋒喺前面去鎮壓住，唔希望譬如沙治奧拉莫斯啊嗰啲咁快就上嚟助攻，一定要起碼都看牛仔咁看住佢先。咁但係有個問題，因為基迪拉。頭先我所講，即係回應翻我自己頭先所講嗰個問題，就係當基迪拉攞咗個波嘅時候，好中意向前推嘅時候咧，就基迪拉同沙一對中堅沙治奧拉莫斯同埋阿拉華華拉利華拉利，佢兩個嗰個距離咧，如果係阿沙比做呢個位嘅時候咧，佢會同佢好近，因為呢個踢法係咁做，即係等於四哥同嗰對中堅，有時四哥直頭同個中堅平排去企嘅，咁嘅問題之下咧。嗰、那個中間嗰個距離係有咗喺度嘅，咁對於馬體會，我覺得係有優，即係對於馬體會嚟講咧係有優勢，對皇馬係有危機嘅，依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咁你話其他嘅球員，我相信都冇乜點樣變動，我諗係需要去到開波嘅時間睇下馬體會係咪都係退一貫嘅踢法，爛仔波硬淨，同你鬥硬淨，逼你令到皇馬有出錯，咁而最大機會發生入球嘅時間咧，我估計就會喺個來回嘅時間。就是當馬體會攞咗個波壓上去三十碼嘅時候，或者調翻轉講啦，或者我將佢調翻轉講，大家容易明啲就係、是、皇馬嘅基迪拉攞咗個波推上嚟，俾摩迪嘅時間、大家可以呢、這個我諗相信係我成場波我覺得嘅亮點就係、是、當基迪拉搶到個波推上嚟去揀俾摩迪或者迪馬利亞個過程當中，如果俾馬體會 cut 斷咗，打翻轉頭。我相信呢個就好容易係馬體會喺生球方面，即係生球個就唔包括你罰球同角球啦之下，即係個波係生球移動緊嘅時候咧，好大機會喺呢個 moment 係有機會令到馬體會係有機會入球嘅。我自己嘅個人就覺得係咁樣，其他陣容嗰啲我覺得都冇乜太大嘅懸念啦，都差唔多啦。嗯。好啦，其實咧今日咧，我哋都有準備咗一啲咧，即係俾大家可以開心下玩下嘅環節啦，咁樣，因為始終點開心點玩先。我哋有好多嘅主持喺度啦，咁啊，其實咦，頭先係咪抌咗嗰啲胡椒粉？因為咧，其實嚟緊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即係俾大家可以估下，即係我哋今晚估下樽胡椒粉，同埋估下啲比數。哦 ，OK， 係啦，咁樣咧就等大家即係我哋啲懲罰咧就好複雜嘅，諗住咧就有支即係口人多康贊助嘅呢個咧綠茶啦。咁然之後倒少少落去，然之後我哋倒啲唔同嘅醬汁撈埋一齊。玩咁大嘅喂，唔多啊！最初諗住倒到好多醬汁嘅，但係諗下倒胡椒粉算啦。OK， 咁合理啊，係嘛 ？OK 啊，係嘛？咁好似我哋兩個都要講波喎，一間係咪可以？唔係 ，sorry， 免疫啊！你兩個咧可以免疫，但係咧就係、是、即係都係打完先飲嘅啫，其實唔關事，即係去曬完曬佢頒曬獎嘅時候，我哋先飲嘅啫，其實。半場走一次數啦。唔得嗱，半場走一次數，我哋啲唔得噶嘛，你明啊？系咯，我哋要講波啊！啲嘉賓走數先啦，嘉賓走數先。即係其實好老實講，我覺得。難得有三個坐喺旁邊，我覺得應該是依三個去度撕片先啦。最慘我哋啲最難食嗰啲唔喺度抌曬，係咯。聽講我哋嗰係主持嚟嘅喎，屌你啊！係啊，唔好意思，頭先有個人咧，篤咗啦，篤咗啦，要消音要消音處理嘅呢啲啊，呢啲咁嘅人咧真係。哎，食蕉唔該。係啦，咁其實咧呢、這個我哋之前咧 Only One FC 都有一個估波嘅環節啦，咁其實我講一講咧，每一位主持等陣先，等陣先呢樣嘢有人要找一找數，可唔可以即時找數啊？唔使。我哋呢個係由翻佢節目期間找數嘅，呢、這個唔關事。咁啊，先講嘢嗰個係我哋嘅 Only One Radio 嘅出名傻仔傾嘅阿文鑫，乜嘢話？得啦，我哋估下啲，唔係我哋估下啲觀眾先，我哋估下啲聽眾同啲觀眾私人恩怨，我哋私人解決，冇錯。係唔好意思啊，即時我即時講嘢都有嘅。喂，講緊頭先阿佐敦提及過馬體會嗰樣嘢咧，其實唔係皇馬 ，sorry， 太多馬德里球會啦。咁咧皇家馬德里嗰度咧，咁其實頭先咪後咧都。傾過啦，其實基迪拉咧，首先都未知佢狀態係咪十足嘅，同迪亞高哥斯達其實
個問題其實好相似，都係啱傷愈復出啊咁樣。咁所以咧，而且基迪拉咧，佢個踢法咧都係比較傾向衝前啦。頭先佐敦都提及過。咁所以咧，後面冇咗屏障嘅時候咧，其實都講差唔多講曬啦。亮點就係驚一失波，好似車路士嘅戴維雷斯咁樣喺後面成日甩波嘅，一甩就出事啊！睇下其他咧，其實個陣容上咧，基本上都係最好嘅抌曬出嚟，都冇乜驚喜，其實好老實。大家覺得係咪咧？可能話仲有多少少嘅斟酌地方，就係比比嘅少少受傷啦，而華拉尼出嚟啦。究竟咁眾所周知，其實就華拉尼其實今季以嚟都比較少出。究竟佢狀態方面可以 pick up 到幾多？即係咁可能話對於佢同沙治奧拉莫斯嗰種嘅配搭，究竟可以去到咩程度？我覺得要再睇咯，即係可能開波之後要再睇呢個就要。或者喺呢度我講講，譬如比比嗰啲這個球員啦，即係我覺得咧確實是的，在今屆或者上屆，我記得大約是季中咁上下啦。呢、這個球員開始咧就喺個踢法上咧就成熟噶啦嚇，咁但係咧個人個腦咧就唔係好成熟嚇，呢、這個就好主要嘅，因為佢好多時候即係啲同埋咧，我唔知係咪佢個神經同個腦個反射咧，佢係肯定係成日 delay 起碼兩秒嘅，即係包括俾人踢到之後咧，跟住之後人哋都走埋佢先，哎呀好痛嗰啲。咁我覺得呢啲係即係佢要去翻演藝度再補一補課啦。咁然後即係加盟西班牙另一支豪門咯。係啦，咁我諗相信佢要去補一補課啦，睇下揾啲沙士比亞嗰啲咧幫幫手咁。沙士比亞啊，咁然後跟住咧就但係如果講老實，即係講翻正經，佢喺中堅嗰方面咧，我覺得佢依季由上季季半開始至到依一季咧，我覺得佢踢得係穩定，成熟咗。係啊，成熟咗好多，即係除咗個腦之外，其他嘢都成熟。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冇咗佢咧，我相信亦都因為係咁樣之後，我相信因為如果我而家估計啦，因為佢而家都喺馬體會都係踢442啦，即係大衛韋納。因為大衛韋納，我相信佢係一個比較轉型啲嘅球員，咁應該走動個位置個覆蓋面係比較闊嘅。咁我相信咧，沙治奧拉姆斯咧就通常咧重症喺中間，因為講喺個高迎即係即係點講迎接高空波嗰方面嘅嘢咧，我相信沙治奧拉姆斯就比較係強嘅。咁我相信佢應該，我估計冇錯咧，應該係沙治奧拉姆斯咧就一定係 marking 就係 mark 第一哥斯大嘅。至於華拉尼咧就應該係追住阿韋納，即係我相信教練部署擺嘅時候應該係咁樣擺。咁我相信沙祖拉莫斯去 mark 阿哥斯達，除咗大家係國家隊之外，亦都咁多年，我相信基本上應該有一套係可以應付到佢熟路嘅。咁但係大韋納其實坦白講句，你睇到大韋納，如果佢真係踢得，即係佢走位又咁靈活之下咧，我相信狀態好好嘅比去 mark 佢，我相信個安全感係會大過而家華拉尼去做咯。即係我自己嘅睇法。所以今日我覺得而家成個陣俾我去叫做所謂嘅，又唔好話逐個稱啦，係咪先？何輝又唔中意聽呢啲嘅。咁即係我比較中意就係覺得整體如果咁樣去睇咧，大家好似有凹凸感，即係一邊凹嘅時候，即係一邊有缺陷嘅時候，嗰邊好似強啲。嗰邊有缺陷嘅時候咧，呢邊又好似走咁，我覺得好似成出戲啊，好似成出戲編劇寫出跑曬㗎。嗱，你原身比比可以出，佢出唔到喎。咁而家迪亞高斯達又有少少唔得喎。咁大家要稱下稱下，基本上都差唔多。喺個中場就質素上皇馬中前場一定係強過馬體會啦。個 BBC 嚇，咁但係個重點又係調翻轉一樣嘢喎。基迪拉又走去頂咗沙比嗰個位喎，咁又好似又打一次球。如果而家兩隊去稱埋，我覺得五波的情況是幾近的呢場波，我覺得嚇分分鐘我哋第一鑊在呢邊做的加時就開 OT 啦，咁啊大鑊啦！我真係大鑊啦！咁呢個時間領少，我哋係咪有其他啲主持要開下麥啊？同埋有啲估下嘢咁啊？先講咗先咧，其實咧我哋上個禮拜咧 Only One FC 已經係有個估波咁樣全場比數估咗噶啦，咁講一講咧每一位大家估啲咩先啦。咁首先 Only One FC 裏邊咧嘅Rio 咧就今日冇出席嘅，咁佢俾咗3-0呢個比數皇馬贏嘅。咁另外咧馬膠就係估皇馬贏2-1啦。咁另外就Kelvin 就估打和1-1嘅，咁即係肯定要打加時嘅。如果你咁樣計，冇亂嚟喎，估啫，未必中嘅。好，咁小弟咧就估呢個馬體會係贏4-3噶。咁至於阿 Ken 咧就估呢個馬體會贏3-2啦。咁另外我哋嘅另一個節目啦，就係呢個 Running 燈嘅鬼咧就估呢個咧係皇馬贏4-2啦。另外就零食大人嘅偉恩咧就估都係打和2-2噶。
係啦，呢個就係大家估嘅全場比數嚟嘅。係啦，咁有冇啲咩要 update 啊？嗰啲咁而家好趁機啦。暫時都冇更新啦。正如頭先分析過，其實兩隊都真係五五波，咁所以一比一，我覺得都估得合理嘅。OK， 咁啊。就我講講先最新嘅罰則，啱啱收到我哋嘅監製通知咧，就話咧就改為咧只係飲茄汁啫，好似仲大鑊過胡椒粉喎、啊！哇嚇、啊，有幾大鑊啊？茄汁啫喎，係幾多啊？我想一包M 記嘅茄汁啫。哦，係啊，茄汁，係啊，牡丹樓茄汁一包啫，唔使咁擔心。即刻想估48-0添。我哋呢、這個即係我哋節目曾經出現過48-0呢個股波比數咧，就純粹登嘅呢啲係。係明白。咁係啦，其他主持想發表下咧。係咯，或者我哋或者嘉賓啊，或者嘉賓兩位嘉賓咧，有咩對於個戰況上有咩想補充？發表下，發表下啦。啊，其實我諗都一個問題咁啊，今日睇開報紙咁啊，睇到兩隊嘅教練啦，咁啊其中一位安察洛提傳聞話咧，佢就可能教埋呢一次咧，就俾 AC 米蘭再挖翻去再教嘅喎。咁會唔會呢一樣嘢就對於皇家馬德里會有啲影響呢？因為你都知道啦，嗱啱啱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咁就好勁啦，攞聯賽嘅冠軍啦。咁呢一樣嘢又會唔會對呢個馬德里體育會有一個少少嘅稱先嘅地步呢？嗯，我其實咁講啊，我咁諗，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問題，其實我就覺得唔會太過影響嘅，即係正如好似摩連奴，之前帶國際米蘭去踢歐聯決賽，但係佢踢完之後去皇馬，但係其實事先已經可能安排定嘅時候，我覺得冇對依樣嘢其實冇乜太大嘅影響嘅，我會覺得，反而就佢話其實你會見到。安察洛提控制呢一班波，其實可能話喺個調控嗰班大佬裡面，其實我覺得佢控制得幾好嘅。可能分分鐘可能因為林別秋波，即係如果你以一個控制軍心為一個重點嘅話，林別秋波其實可能同佢贏咗一個冠軍都未定嘅。即係可能即係當然有正有反，可能有影響，但我會咁樣偏向咁樣睇咯。我覺得就我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喎，係。我找到沙比艾朗素，是是啊，我找到沙比艾朗素啊，是啊，在原来他在 Sky Sport 喎，以为你 WhatsApp 他仲加宾喎，沙比艾朗素，喂，唔好话摩连奴今日都讲，摩连奴去现场啊，摩连奴去现场讲波啊，系啊，佢负责讲，居然系摩连奴啊，一阵间佢会唔会无端端讲话，其实我依两，我觉得呢两队波都唔值得入决赛，其实我值得入决赛咁啊，唔系，我惊佢系奔斯某渣啫嘛，佢争少少啫嘛，佢争一步啫嘛。其實咁講啊，摩連奴教親嘅波，其實四強我覺得即係獲都係四強出局嘅。之後就冇噶啦嘛，好奇怪噶嘛，係除咗嗰點國米咯，國米或者波圖，係咯，係啦，即係佢係有少少叫我覺得有少少叫做樽頸位咗嘅，我會覺得佢有少少係佢某嘅程度上佢係解決唔到對波少少攻擊力上嘅問題㗎。我印象中車路士。嗰幾屆入決賽就兩個啦，一個就係、是、啊，都係看守領隊嚟，我記得一個格蘭，一個迪馬提奧，嗯，係啦，咁冇計呢個真係。但係嗰次係格蘭咯，跟住之後冠軍嗰次係迪馬提奧。但係你迪馬提奧嗰次又唔同喎，其實係靠嗰班波去到最後揸出最後一道自動波，冇啊認同嘅，即係同埋杜奧巴真係佢嘅單打獨鬥能力其實真係好強，我會覺得嗰屆真係贏依樣嘢，同埋。打翻佢車路士最重要嗰樣嘢叫鐵血精神出嚟，係咯。依一方面其實佢四強對住巴塞嘅時候，對住巴塞嘅時候其實好明顯見到出嚟，明顯見到出嚟嘅，即係兩回合都見到出嚟嘅。同埋尤其是去到最後，即係去到最後托利斯能夠單刀扭窿係入到波嘅，我會覺得其實十字無歸添啦。俾你抽到啊！哎，多謝先。咁啊，兩隊嗰個陣容頭先講咗啦，咁啊晉級之路都交代翻啦，即係喺過去呢段呢一年嚟講，佢哋做過啲乜啦咁樣。喂，呢個係咩啊？哦，即係一個即係話，我哋而家睇緊嘅一個直播嘅一個 link 啦。你認為誰能奪冠？誰能奪冠？即係大家喺度投票嘅一個結果啦。皇馬就15,500,608人，邊一隊波能夠攞冠軍嘅？咁皇家馬德里支持人數大概150,000，咁啊馬體會有200,000到嘅。咁其實好老實講，挫強扶弱心態咧，個個都會有嘅。馬體會多500,000喎，係你要明白，個個人都好想睇住某一位七號死噶嘛。
唔係又想睇住第一次攞冠軍嘅某隊波，即係都想見證一下歷史咯。即係各自有各自想睇嘅嘢啦，咁樣簡單啲講。唉，真係搞到咁樣。嗱就咁，雖則咧，今日我同阿肥馬咧就都著咗大家兩對衫。人哋首先想介紹一下，我哋唔係喺呢個廣東體育。我哋并非是广东体育频道啊，咁啊真系咁啱得咁巧啊，凑到两件衫出嚟着嘅啫。但系我话俾你听，我着呢件衫咧就唔代表我今日咧就支持马体会。我着皇马亦都唔代表我支持中意，即系捞乱骨头啊！即系因为某一啲技术情况嘅缘故咧，其实今日要我哋着咪着咯，咁样嘅啫。唔系，主要我觉得系咁。我自己今日個人咧，就因為頭先咁啱啦，我哋依度好 free 嘅，又唔係電視台係咪先？咁啊咁啱有人 WhatsApp 我，咁、那個仲係國內一啲啊有參與啲外圍賭博嘅朋友仔。啊！我哋唔贊成嘅外圍賭博嚇。贊成嘅，不過就響應。咁就咁，但係咧主要嗰樣嘢咧就係佢問我，咁佢問我頭先就見我哋直播佢睇到啊，佢哋睇到啊，我唔知佢點解咁叻喺國內都睇到嘅。竟然係咁，嚇、啊、佢應該啲壁虎功好犀利啦，係咪先嚇？即係壁虎功咪得咯 ，OK。咁佢就問我喎，喺 WhatsApp 嚟問我喎，就話、喂，你睇到你著依件衫喎，咁你係咪真係撐呢隊咁？咁我啱啱就想話俾喺我鏡頭度話俾你聽，就唔係嘅嚇。我主要咧就係、是、覺得今日咧就係、是、如果九十分鐘裏邊咧兩隊波贏輸，我覺得皇馬機會始終係高啲。雖然有咩幾百百九幾萬啊，一百五十，我記錯咗，九幾萬，咁嘅人數，但係，如果我自己個人去睇，我就覺得，如果九十分鐘裏邊要我揀一隊贏咧，我都係會揀皇馬。咁但係我自己嘅心裏邊，我就覺得呢場波喺加時，我覺得真係有機會加時，因為睇完個陣容之後，我就覺得好似係加時。咁喺加時裏邊之後，再要去硬心少少，我都係覺得都係皇馬，因為有個問題就係、踢球呢，有時我們在個環節，譬如做一個領隊的心態去看，你起碼看回張 list 裡面那個變化，因為你去到90分鐘之後，大家譬如打和要加時，那30分鐘其實不是在那裡捱的嘛，是應該是要變化，去希望可以不用大家不用拿個斗領出來去擲豪這樣去射12碼給個天去跟你判了件事的，那一下捉棋這樣係啦，咁你又要睇你嗰個後備嗰個 list 裏邊個變化有幾大。咁如果你睇馬體會，我覺得佢個變化就比較係窄啲。皇馬嗰個變化，佢喺前邊要去變嘅變動方面，好似係高少少。但係其實坦白講，因為兩隊又實在太對得太多，又係西班牙球隊，嗰啲神秘感就冇曬㗎啦，即係邊個著幾號碼嘅 under 都應該全部都應該了如指掌㗎啦。好似睇住皇馬咁樣。一睇落又係打反擊啦，咁基本上不嬲都係咁，我相信呢個我亦都唔需要，只不過就話嗰個變化上啦。咁我就覺得，如果我自己個人覺得嘅啫，就算去到如果係和波加時，我覺得皇馬都係機會高少少，因為始終計翻佢嘅後備能力真係高過馬體會幾皮嘅。實力上係啦，但係個壓力方面可能真係。聚曬落皇馬嗰度啦，始終佢對上一次能夠打入歐聯決賽咧，已經數翻去2002年啦。又係一個馬年，係冇錯一個馬年嘅。咁當年係蘇格拉斯哥嘅決賽嚟嘅，咁啊對住利華古信，咁當中贏2-1啦。功夫腳，功夫唔係功夫腳，唔係功夫腳，功夫腳嗰個叫麥馬南文。我而家講緊嗰個咧係窩裏抽射，斯丹啊嘛，斯丹窩裏抽射。那個不是但是呢其實這班球裡面陣中呢現在去到現在做正選的只剩一個人卡斯亞斯、他當年是後備換出來的現在他都是後備的不是正選是後備的正選我知道我知道他12年前是後備來的伊蘭嘛不是斯薩當年用斯薩的因為在個合約方面呢那時候因為個合約方面跟會方鬧得不太愉快扁他做後備、但是怎知道呢斯薩踢踢下傷了換了他出來結果他力挽狂瀾的瘋狂用腳救球的 那場比賽裡面變了其實間接令到即是直接令到皇馬可以拿到第九次的歐聯冠軍但其實就說今次去到這一刻可能說這一班球裡面可能是卡斯亞斯最有壓力的那個會是因為、一代去咁講，皇馬嘅興奮一代一代，去到呢一代，其實你會見到就之後已經唔會再有皇馬真係嘅興奮咯。其實已經唔係好國有。冇錯。所以不過皇馬就點講咧？
都同意你所讲系一啲叫比较经验啦。但我哋有阵时比较 roughly 去睇咧，就系话呢啲球队叫大赛球队啊。佢入决赛入四强会有个信心嘅保证俾到人咯，即系踢开大赛啦，已经唔会有压力。反而马德里体育会就系话，喂，佢好多球员有阵时可能第一次踢啲咁大型嘅比赛，去到里斯本踢咗中立场，喂，会唔会有压力？会唔会怯场咧？会唔会呢个咁嘅情况咧？希望佢好似正如上年嘅多蒙特咁啦，踢落嚟都不落下风。照踢，总之我熟你皇马，且一年年年一对噶啦，皇马嘅咩咧？就用呢个心态。我同意你呢样嘢嘅，因为如果佢嘅对手，譬如佢对住啲英超球队或者剩咧，咁佢喺个大赛经验方面咧，马体会的而且确系会有少少协场嘅情况出现，但我相信佢对皇马咧对到烂晒嘅，应该就冇呢个机会啊！今年对咗四次噶啦，已经系咯，但系联赛对两次，的而且确系国王杯对两次，皇马系食滑咗佢，呢个系事实，又真系几场都冇输过俾佢咁滞，唔系西班牙国王杯，西班牙国杯咧就两回合直接淘汰咗马体会嘅，但系咧。冇記錯就喺聯賽方面咧，就係冇輸過俾皇馬嘅。聯賽一次就馬體會作客嗰次贏1-0啦。咁如果係馬體會主場嗰次就打和2-2嘅，就啱啱3月2日嘅事嚟嘅啫。即四場都未輸過俾佢啊，皇馬。四場冇輸過。唔係。聯賽9月28日嗰場聯賽係馬體會贏1-0嘛。哦。係啊。Okay. 我哋講翻個現場情況，啱啱見到費高出嚟喎。咁其實咧，費哥係一個今屆嘅歐聯嘅決賽嘅大使嚟嘅。咁佢由佢負責捧呢個歐聯獎杯出嚟，正如好似上年嘅不列拿一樣咯。喺度提示大家啦。咁如果喺我睇我哋呢個直播期間咧，如果需要即係話想睇翻場波直接睇嘅話咧，都可以撳翻呢個網址嘅，就www.wizig.tv 咁樣咧，就可以揾得翻一啲即係我哋直播嘅即係福利啦，俾大家咁樣啦Okay. 或者去我足球解读嘅 F 即系 Facebook 嘅网页里边，我已经扩大。系啦，我哋喺我哋嘅 page 嗰度啦 ，onlyone-radio.com/UEFA 呢度亦都有条 link 噶啦，已经系摆咗啦，睇唔睇到就唔知道。系啦，就系啦，即系呢个就大家自己祝君好运，冇错。咁啊，系啦。咁其實而家就進行緊決賽之前嘅開幕儀式啦。咁其實就我諗仲有大概可能 around 5分鐘左右啦。咁其實就應該個儀式就完曬之後咧，就雙方球員就正式進場，咁就開始決賽噶啦。係啦，咁呢個時間啦，即係我哋其實頭先我哋有啲主持未講話佢哋估啲乜嘢嘅，而家即係嗱。交功課啦，系啦，嘉賓啫，我估曬啦，系啦，你哋估曬啦嘛，其實就爭呢度三個人嘅啫，其實就係啦，係咩？我唔知道我要估添，係我又唔知喎，唔知就唔使參加噶，係咯，係呢個就。咁其實頭先講咗話好似佐敦講話沙比仔廣播嘛，去咗其實佢去咗 ITV 廣播嘅，咁同場嘉賓有邊個咧？謝拉特。哦，四個，冇錯。friend 喎，系咁，佢两个合作无间啦。啊，估唔到连呢个广播都要合作无间先得，真系啊！唔系佢可能倾紧，下年过档咧，边个过档啊？梗系沙比过档啦。其实都传过好多次嘅，其实系真系传过好多次，好多次翻去老家噶。系啊，其实佢老家系皇家苏斯达嘅。我知，但系佢利物浦都算系一个好，佢唔系叫老家，应该叫回巢啫。旧球会，旧东家啦，旧东家啫。旧东家啦，即系唔通你话摩连奴？使下下都窒我嘅。即系唔通你话摩连奴嘅老家系呢一个吓波图噶嘛？唔会翻车路士叫老家噶嘛？嘛，真系。虽然话车路士系佢嘅咩，令到佢成为 Happy One 啊嘛。话晒利物浦都俾咗嗰嘢苏斯唔系呢个沙比亚数嘅咩苏斯咩啫？好啦，大家好似有少少失控啦，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阵好唔好啊？唞一唞，休息一分钟后翻嚟再同你广播啊！稍阵讲 ，OK。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向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 One-Radio.com/UEFA。
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呢？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佢哋而家系出嚟骑。嗱，咁啊，而家咧，其實佢哋係入緊雙方球員係入緊場嘅，其實係咁，當然啦，入場啫，就未至於。哇！見到咁咧，其實咧見到就著曬波衫喎，但係阿皇馬就笠咗外套。咁通常咧，依啲係一啲叫做可能話係一啲叫品牌工程啦。咁啊，通常要 sell 下啲嘢噶嘛。咁啊，而家咧雙方球員進場已經亦都喺度演唱緊。歐聯的主題曲啦，係啦，咁其實而家現場都即係除咗個頭先嗰位歌手之外，後邊亦都有一堆嘅呢個合唱團啦。咁我相信可能嗰啲都係啲教會嗰啲係嘛？唔係，咁唔係教會嘅，其實 opera 嚟嘅。但係其實咧，見到頭先咧，見到就係話。每年的決賽都會有 Opera 嚟做 live 嘅，當地嘅。但係呢個真係著到好鬼似啲修女啊！其實，依個球。即如果原來演唱嗰個帶領嘅演唱嗰個叫 Marisa 嘅，咁係葡萄牙一個最出名嘅一個歌唱家，比較出名嘅一啲歌手同聲樂家啦，應該聲啊嗰啲嗰類啦。同埋咧頭先見到開幕儀式嗰方面咧，見到係有少少咧攞翻以前葡萄牙有少少以前嘅航海史嗰啲出嚟，你見到就話。馬體會同埋皇馬嘅會徽咧，都係用一啲叫帆船布嘅形狀。上面嗰塊帆咯，冇錯啦。印咗佢哋 logo。有少少帆，講翻以前嘅航海史嘅情況嘅。咁亦都畫面見到咧，雙方咧，大會公佈嗰邊咧，就應該係雙方嘅球員嘅名單啦。咁啊，亦都唔使再多講啦。咁啊，見到皇家馬德里一見到會方排出嚟都係4-3-2-1出嚟噶，見到前面都係 BBC 嘅組合：賓斯馬、巴爾、斯朗拿度。咁啊，至於中間就有呢個迪馬利亞啦、基利拉同埋呢個摩迪嘅，係啦。咁啊，而家現場就雙方就要交換呢個錦旗啦，同埋呢個要擲好決定個方位嘅。咁有雙方嘅隊長啦，加比同埋卡斯拿斯而家喺度攬頭攬計啊，跟住之後就開始攞住，互相攞住把老牛喺度片噶啦，應該就。你又知佢講啲咩？應該變咗士巴拿出嚟。知佢講啲咩？你大家準備受死啦嚇！係啦，各位聽眾們可以繼續可以喺我哋嘅各個 Facebook 啦，即係包括有足球解讀啦、Only One FC 啊等等咧，都可以係留言咁樣噶。而當然亦都可以喺我哋 YouTube 嗰條 channel 嗰度咧側邊啊，大家要留意咧，我哋有一個咧叫做所有評論嘅，只要撳落去咧打字就得噶啦，其實。好，見到就有而家介紹緊馬德里體會嘅正選陣容啦，見到即係可能話最殺食嘅四人中場啦，加比、高基、泰亞高同埋努爾加西亞嘅前面，迪亞高哥斯同埋韋納，究竟今場波可以發揮到點，真係成敗關鍵啦。係啦，咁啊睇下即係陣間會點啊！而家畫面見到斯朗拿度啦。呢、这個時候見到斯朗拿度，梗係度嚼下佢啲頭，梗係執下靚個樣先啦，準備贏翻兩嘢先啊嘛。係，品下槍啊！我覺得都 OK 喎。首先就是、即係佢哋而家嗰邊都係陽光普照啦。咁但係咧，除咗天氣好之外咧，我發覺到一個好好嘅問題就係、呢個球場嘅設計非常之好啊。嗱喺依家裏邊，我哋睇到啲光線咧係射唔到落球場。咁有一樣好處咧，就令到所有球員唔會殘眼，唔會殘到守門員。英國嘅球場就有啲都係會係，係咪都殘眼？都唔係話針對某個國家嘅，大部分國家其實都啲球場都未有呢一種咁嘅系統。我諗都係比較新式嘅設計。好啦，球賽啊，準備開波啦，肥馬係啦，邊隊開波咧？咁首先係皇馬開波，咁啊左右攻咗嘅，而家開咗波之後咧，交咗俾斯朗拿度，跟住俾翻迪馬利亞，回翻俾後面嘅華拉尼，跟住再俾卡華積。卡瓦即跟住俾咗阿巴爾，第一個犯規出現啦，就飛下俾路易斯侵犯咗巴爾嘅。咁喺過咗啱啱過咗皇馬嘅前場少少啦，開翻出嚟俾翻阿沙治奧拉莫斯彈翻俾左邊嘅迪馬利亞，諗住踢過嘅時候，跟住過唔到阿迪亞高哥斯達，
見到其實基特拉中場接唔到個波嘅時候，哦，後面啊沙茲奧摩斯俾翻啊卡華積，卡華積想上邊面俾咗賓斯馬彈翻俾右邊嘅巴爾，巴爾搭去彈翻俾 One Two， 巴爾對住啊菲亞比路易斯過咗啊高基啦，結果係過唔得之後後面嗰個努爾加西亞嘅。哇！想推左走右唔係咁容易喎。冇錯，哇！見到其實而家見到咧。皇馬咧，其實將佢成條防線都壓得幾前下嘅都。嗱，我而家睇到咧，嗰、那個暫時開波，我哋呢度咧就大約一分鐘左右嘅啫。咁啊睇得到咧，就皇馬就有少少已經係急不及待，一開波咧就主動啦。咁啊睇得到馬體會佢就。即係冇辦法，而家係波始終我哋睇緊個上腳嘅控球都係喺曬皇馬度，其實呢個都係喺我哋之前賽潮預料到嘅一方面嘅嘢嚟㗎啦。咁啊我相信馬體會我估斯蒙尼起碼一樣嘢就係頭十分鐘啦，起碼頭十分鐘我相信佢都會做得比較被動啲先啦，因為唔希望咁快就失球，因為呢啲大賽通常經驗話俾我聽，你一失咗第一球，強隊先攞到第一球咧，弱隊嗰隊都係比較難。被禁住打啦，仲、一路都係被禁住打，都係咁啊，一路俾零三比零咁樣咁所以變咗而家佢都係一定要控制咗，同埋要適應咗個節奏先啦。其實佢而家喺度就係簡單啲，好似打拳咁樣，佢適應咗皇馬嗰個進攻節奏嗰、我哋所謂嗰個速率啊。個 frequency 先啦嚇，咁而家即係節奏啦，最緊要掌握到對方個節奏先，睇下試一試你。咁我哋而家個我哋因為咧，希望咧大家兄弟手足咧都要記得，就係我哋要不斷咁去報翻我哋而家我哋睇緊個畫面嘅時間，咁啊令到咧睇緊我哋嘅朋友啊或者地拉咧，大家都可以同步啦。係啦，但係希望大家咧千祈唔好咧喺我哋啲即時討論咧就即係如果你睇到快過我哋嘅話咧，唔好喺即時討論咧就加啲任何嘅比數俾我哋啦。系咯，咁啊会影响我哋讲嘅，咁同埋我哋有时讲下讲下都唔知点讲落去，好啦，咁啊唔紧要，我哋而家长波嘅现场，而家我哋睇翻都已经去到三分钟，系咯，三分钟到，三分钟啦，系啦，好，跟住见到阿C朗 set 咗头槌 set 俾賓斯馬嘅時候咧，結果俾阿米蘭達咧就侵犯咗嘅，咁啊從後咁樣侵犯咗佢，跟住結果球淨係吹罰咗一個罰球啦。啊，幾得意喎！個波喺半空停留咗好耐。見到阿米蘭咧咁啊，雙掌咁啊嚟咗個如來神掌嘅，跟住彈翻俾左，而家開咗出嚟啦。跟住中間啊，見到基地咧，俾翻阿沙照拉莫斯，跟住再俾翻阿中圈嘅摩迪嘅引球推進嘅，咁啊俾咗右邊阿巴爾，諗住再執咗佢嘅時候咧，見到菲勒比路爾斯將佢波刪出橫邊界外嘅，好開翻出嚟啦。沙治奧拉莫斯在中圈嗰度鬥到最後一個，跟住俾翻左邊嘅迪馬利亞，再上前推嘅時候都會俾翻中間嘅斯朗，斯朗俾翻阿迪馬利亞，諗住再推嘅時候過唔到米蘭達，米蘭達俾砸到個波之後咧，跟住而家輾轉之間咧去到加比再交翻俾右邊嘅努爾加西亞，努爾加西亞準備執個波嘅時候過唔到乾柴奧喎，跟住見到斯朗再彈翻俾乾柴奧引球推進一個過兩個過唔到咯，過到第三個嘅時候，結果球證吹罰咗嘅。诶，冇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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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嘅。咁咧就而家个情况，我觉得就马体会咧就主要成个情况，我谂相信都系被动啲啦。咁啊，睇翻个波而家就摩迪就啱啱话喺中圈嘅上半啱啱大约卅码到就回翻转头。嗱，依一个速率咧，俾我感觉就马体会尽量都系速度好厚，就等皇马上嚟攻。其实佢都系靠希望一两下嘅快攻。咁啊，马体皇马就好精啦，而家两。啲進攻嘅路線啲波咧，全部主要咧都係喺兩邊度做啦。啱啱呢個鏡頭咧就見到個波就佢哋都開始猜下猜都忍不住啦咁啊，原喺右路邊線咧，好邊嘅邊界咧，將個波長傳 send 個波入去小禁區遠處左右啦。咁啊，諗住俾阿斯朗埋去頂嘅。咁啊，斯朗呢個波有少少就想搏懵，就撞咗落去嗰、那個應該係咪高癲嚟噶？桑法兰嚟嘅，桑法兰。哦，桑法兰嚟嘅，我望唔到个后边，咁啊撞咗落去度，想即系有少少搏十二码啦吓，咁啊，但系就个形睇到个情况就应该唔系好做得到噶啦，即系都系有少少俾啲压力个球证啦，我觉得系咁样啦。咁啊波就滴翻落去马体会度，咁但系好似双方就突然间慢咗落嚟。咁啊，可能中圈又头先有个球员，皇马嘅球员瞓咗落地下嘅，结果有少拖延咗。好见到右路啦，啱啱过咗中圈线，跟住弹翻俾近住峨眉峪嘅宾斯马，哦漏咗个波，结果戈图尔斯喺个十二码点咁冲翻出嚟执翻个波嘅，咁啊冇俾阿巴尔去再去斜入去立翻 second 波个第二个点啦，露出嚟个点啦。
嗱，睇翻呢個波咧，就賓斯馬就好，即係佢一定係受到阿拜爾喺嗰邊噶啦，咁啊俾啊俾得直咗少少啦，同埋深咗少少啦。但係其實呢個進攻模式咧，喺地波嘅進攻模式嚟講咧，係皇馬。呢場波我相信係會你睇到不斷重複咁做嘅，經常出現，應該會經常出現都係咁樣做噶啦，係因為睇得到佢嗰個做，即係佢如果喺地波嗰方面去做，一定係做啲，即係除咗反擊以外，佢就一定係揾賓斯馬做一個重心。咁啊，個波而家發展到咧就啱啱馬體會嘅中場就搶到個波，就去到右路將個波 send 翻出嚟，跟住但係就俾皇馬球員攞翻個波之後咧，就喺翻中圈啊，好快就啊而家開始咯，阿、啊、肥馬係嘛？冇錯，博除咯，有少少去博取，企穩咗啦，五分鐘之後。冇錯，跟住而家見到阿中圈攞住個波，跟住見到阿高基分翻喺左路，諗住俾阿第一高哥就俾阿卡華積頂翻出嚟，結果皇馬球員犯規嘅，罰咗皇馬喎。系啦，咁见到马体会有人受伤倒地。系啦，而家我哋呢度六分三。哦，菲亚比路意思嚟嘅，巴尔嚟嘅，应该吹罚咗巴尔啊。睇翻慢镜，哦，其实都唔系有心啊，呢、哦這个波，大家都系迎向个波度嘅。佢、啊、都系踩，佢想搭个波，咁但系就只脚举得过高少少啦。球证啊判咗个自由球，咁啊大约距离四廿码左右。系咯，都成四廿码，都偏中间少少嘅。见到加比准备处理啦，调翻入去禁区入边。菲立比奥斯一个二传顶翻咗俾中间个大佬啦，结果解围翻出嚟 ，second 波俾迪亚高哥斯啊执到，跟住推翻埋去右路边线位置，跟住俾两条都夹住，跟住见到基德拉条而家同佢喺度身位争定啦，结果迪亚高哥斯啊搏到一个搏唔到一个角球。嗱，肥妈，球门球睇翻呢个波之后，我发觉咧，如果我而家就咁睇啲动作咧，迪亚高哥斯达咧真系有啲记住。你睇到呢個波咧，因為通常我睇咗佢咁多場波咧，呢啲咁嘅埋身波咧，通常個人會做得好低。嗯。咁但係咧，我話俾你聽，佢點解做唔低咧？就係因為佢嘅大腿咧啲肌肉痛，如果一坐低咧，佢感覺到會痛，佢就坐唔低。感到壓力噶嘛個大腿。係啊，咁所以佢呢個波咧有少少，我已經感覺到佢大腿應該未得。未夠十足狀態啦，至少。所以喺一个皇马个后防咁密集嘅情况之下，佢面对佢一个嘅时候咧，佢喺嗰个小圈喺一个细圈嘅范围之内，佢个活动能力受制之下咧，系会受好大影响咯。好，啱啱见到迪马利亚由一个左路嘅一个四廿五度角嘅一个斩波埋嚟，如果俾高点搞翻围出嚟啦，而家俾马体会准备打一个反击嘅，将个波俾谂住俾第二个高哥斯达嘅时候，俾阿卡华即刻接翻出嚟，跟住回翻后俾阿卡斯拿斯见到阿加比准备抢波嘅时候，跟住俾阿卡斯拿斯快一步咁清咗出去啦。其实依个中而家喺个中圈嗰度，大家攞住个波嘅，打翻俾左边嘅冈察奥，再回翻后俾沙佐拉莫斯，准备拖慢少少嘅节奏嚟打啦。八分零钟嘅路，我哋而家呢边冇错，跟住扳翻俾中间嘅。基迪拉，哦，跟住搏到阿大维维纳嘅犯规嘅，冇乜所谓啊！前场嗰呢啲咁嘅简单犯规啦，咁啊亦都可以令到马体会个中场换人喎，换人啦，即系头先哦，迪亚高哥斯达唔得啦，头先嗰个真系争少少，佐敦嘅观察好准啊，即系佢嗰个即系坐低个问题咧，系真系令到好咁换走咗迪亚高哥斯达，都换入咗阿扎祖安无比斯。九分钟啫，咁快九分钟啦！阿祖安卢比斯入替咗迪亚高哥斯达嘅，可能头先嗰下嘅碰撞方面啦，令到迪亚高哥斯达都觉得唔得啦，应该要换啦。咁希望佢唔好累全家啊嘛，唔系希望佢之后啦。咁西班牙国家队都几需要佢，希望世界杯都见到佢啦。系啦，好见到沙子奥拉莫斯谂住再俾波嘅时候，俾阿努尔加斯啊集到出嚟，跟住俾阿摩迪集翻个波。hold 定翻，准备控制翻个节奏，俾翻左边嘅迪马利亚引球推进，跟住俾咗中间嘅宾斯马过唔到阿比兰达，好，跟住俾咗阿祖安卢比斯攞住个波，弹翻俾高基，回翻后面俾菲立比路易斯，再俾翻高基，我呢个时候卡瓦即铲唔到个波，漏咗之后俾菲立比路易斯一个对住两个，跟住过咗俾阿祖安卢比斯对住卡瓦即左路边线突破，哦，将个波推甩咗出界外。嗱，我又批多样嘢啊！如果而家一路咁样做落去咧，皇马嗰个缺口咧就系喺呢个卡瓦积度啦。你睇到佢几个波咧，佢好狠劲咁出去飙波咧，即系啲波系佢系够辣够硬净。但系你咁样去飙波，即系佢嗰个睇到佢嗰个踢波个方法就话俾你听咧，佢紧张。
太過莽撞嘅。踢閘咧，你咁樣埋去飆個波咧，你係完全係要等個人完全落咗地之後再回身追個波咧，你起步好慢。嗯、但係始終係決賽，所以你又緊張，冇得講。係睇得到。所以而家啲波，我相信一路馬體會嘅進攻咧，都係集曬喺左邊去，即係睇揾到個寶。開始馬體會係揾到個寶藏，睇到皇馬個缺口喺左邊，大概喺邊啊？系啦，咁我呢边直播有10:37嘅时候，斯慕尼都即刻出嚟，出嚟指一指，左边。喂，而家你冇咗迪亚高哥斯塔，真系要指指。嗱，你而家嗰边系既然唔得嘅，就左边啦。咁样好，跟住而家见到阿斯朗啊，跟住点两嘢之后，见到阿老尔加世都将个波传送翻出去界外面，咁啊，俾阿球证睇下佢死得未啦。咁啊，应该都未死得。好，见到呢个波，冇事啊！呢啲小事啦，呢啲最多佢错两嘢嘅啫。豆腐咩？冇事嘅。嗰、那个系摆明错嘅啫，冇得讲噶啦。好，跟住而家呢个波，菲勒保罗意思回翻后俾高颠，高颠一个长波俾阿沙斯罗姆斯顶翻出嚟，跟住又过翻半场先，美兰达又一个头锤顶翻出嚟，又落翻喺沙斯罗姆斯手上喎。转眼之间，跟住俾一个干柴我弹翻俾迪马利亚，跟住俾阿。桑法兰咧就清翻出去界外面，咁啊呢个时候刚才我喺度投诉佢点解冇罚球啦，呢、這个时候冇犯规。我呢个波其实都冇问题啊，其实好，跟住开咗个波出嚟啊，跟住见到又回翻俾后面嘅卡斯亚斯，左嘅一个清个波出嚟啦，过唔到半场，俾阿刚才我顶翻出嚟高而不远嘅，好，跟住又一轮个高空争夺，俾咗阿宾斯马弹翻去俾右路嘅卡华积回翻俾后面少少嘅摩迪再。推进策动，好，跟住俾翻左路嘅迪马利亚，左路一个传送，45度个打埋嚟，跟住结果冇球员掂到之后咧，清翻出去底线嘅，咁啊一个马体会嘅球门球，好，而家个时候一见到成班嘅皇马嘅后备喺度节节站，包括马塞路同阿比比喺度指手画脚，都唔知喺度想讲乜。可能佢打紧气嘅啫，喂，其实观众都可以打下气嘅，系咯，有冇话支持边队啊？喺 Facebook 可以讲下，系啊 ，Facebook 我哋欢迎留言俾我哋，即系足球解读啦 ，Only One FC 啦 ，Only One Radio 啦，同埋我哋讲嘅四围四个 Facebook 咧都有呢个积土嘅，仲有足球解读系五个系啦。好，头先见到一个努尔加西亚嘅一个30几40码嘅一个远射，老母咁远嘅远射啦，结果。将个波炒到有咁高得咁高，去到天后表咁远啊！真系可能嫌啲观众细声省上去先。唔系，我觉得咧，马体会而家做一啲远射咧，都系有一个阻吓性嘅作用嘅。因为咧首先就系佢哋嘅杀手就伤咗出去啦，系咪先？系啦。咁唯一一个方法咧就系佢要中场咧，我相信呢个斯蒙尼俾咗啲 order 出去咧，就系、是、需要佢哋有啲远射啊。点解会远射呢？就是令到佢哋嘅后防唔敢压上嚟。嗯，因为佢哋如果如果你经常咁样压上嚟嘅时候咧，佢哋会好多空位啊。变相咧就要做咗一样嘢咧，就系话调翻转佢哋嘅防守中场咧，就要压深啲，去帮佢哋拦呢样嘢。咁啊，相对地咧，佢哋反攻嘅人数咧就会少咗。因為我相信而家即係通常我哋都會出呢啲咁嘅指令出去，做一個領隊就會出呢啲咁嘅指令出去啦。好，頭先見到有一球幫皇馬咧一個長嘅直線咁樣掉入去禁區入邊嘅，結果阿哥圖爾斯快迪馬利亞一步啦，咁啊將個波沒收咗嘅。跟住見到哥圖爾斯將個波封翻出嚟嘅時候，一個吹罰啦，咁啊侵犯應該侵犯咗基迪拉嘅。唉，車仔真係穩陣啊！啲龍門後繼又有人啦。冇錯，其實哥圖爾斯真係好穩陣，等佢翻嚟嘅真係。好，跟住个罚球开翻出嚟啦，沙子朗波斯回翻俾后面嘅卡斯拉斯喺度左望望右望望揾人逼，结果又要斩出嚟啦。过咗半场，跟住宾斯马第一点顶咗出嚟，回翻去中圈线，见到阿加比俾翻高基，高基一个直线打入去，好，结果卡斯拉斯快一步封出嚟，峨眉月顶咁样封出嚟，清走咗个波嘅。嗱，我又可以讲多样嘢，可以证明到斯蒙尼系一定有 order 俾佢哋。见到沙斯拿斯，你经常咁走出嚟，所以我就远射你，因为你好多时候会走失位。走出嚟咪冇咯，唔系好容易失位噶。我哋自己打龙门就知啊，你成日有远射，我成日褪前褪后，好容易失咗个位咧。佢远射就有机会，喂一脚世界杯就搞低你噶嘛，摆平你啦。系啊，而家佢都系想做咁啫。嗱，坦白讲句，我而家睇到马体会嗰个进攻嗰个模式咧，就好单调嘅。佢真系要靠呢一样嘢，唉，阴公猪啊，真系冇计。即系咁样踢咗几分钟，就7分钟就出咗去，真系争，即系冇咗呢个前锋。我相信呢场波，唉，我哋开 O T 嘅机会又真系和美龙，大啦大啦咯，真系。帮手系准备咗大把嘢喺度嘅。
系啊，零食 dot com 好多赞助，口痕 dot com 口痕 dot com 啊。好，跟住卡华即跟住弹翻俾啊，回翻俾中间俾阿华拉尼，再弹翻俾左边嘅沙洲林莫斯，俾咗阿江巢喺个边线嗰度对住努尔加西亚一轮嘅纠缠之好，结果俾阿江巢攞住个波，哦，跟住见到努尔加西亚拼命三郎咁样将个波清翻出嚟，见到阿靠。刚才我继续喺度发癫踢人啦，跟住见到加比开始嚟啲埋身肉搏啦，哦，开波开波开波，十五分钟啫，已经咁啦。我觉得呢个波就大家有少少啦，即系不嬲都系惹火噶啦。你即系嗰边嗰两只啊，不嬲都惹火啦。C 七同佢两兄弟系咪先？啊，呢个波咧，其实就的而且确系阿刚才我犯规先嘅，佢踩中佢嘅脚面嘅。咁啊，但系即系呢啲咁嘅大赛啊，始终都梗有噶啦。同埋佢系半个主场嚟嘅。我觉得大家呢啲讲都系讲葡文，讲西班牙文都系好接近啦、啊。隔篱街啫嘛，其实都系好近嘅。嗰两只亦话我翻咗屋企啊，咁啊。唔系佢哋两个不嬲都系噶啦，即系招摇过市就梗噶啦。我见到肥安喺度口勾勾，唔知噏乜。好，跟住见到一个界外球抌咗出嚟嘅时候，结果亚祖安奴比斯系越咗位嘅。我哋而家十六分钟噶咯，有咩有冇交？好似我哋啲留言板好似暂时就好似剩少少啫。喂，大家 cheer up，OK？ 好，跟住见到而家马体会中场。接咗个波之后弹翻俾前面嘅阿佐罗比斯，哦，结果攞甩咗个波，俾阿沙治奥拉莫斯提快一步清咗出横边界外噶，结果一个马体会嘅界外球。如果攞得好啲都可以系一个威胁嚟。其实攞得系冇错，认同噶。而家结果阿菲纳比路意斯啊执咗个波，准备喺左边嘅边线开左路嘅边线开出一个界外球啦，咁啊俾咗入去，俾阿佐罗比斯过到。唔系大卫维纳嘅，结果阿沙祖奥拉莫斯咧就封住个条底线，皇马嘅一个球门球都拗紧，但系头先都同球证投诉啊，话会唔会系角球咧？但系最后球证都系判咗俾皇马嘅一个球门球嘅。嗱，我而家睇咗呢十七分钟啊，我睇得到，如果一路咁样踢落去咧，马体会要入波嘅情况咧，我估计得两个可能性，十二码咯，又唔系，唔系一个就系死球啦，一个就系、是、一个就系啲世界波咧，先可以帮到佢哋。应该世界波都 OK 嘅，即系你其实而家见到马体会成日有世界波嘅，即系你卡斯头先咁样系咁出嚟咧，就真系我预计佢都。但系而家佢即系咁讲，亦都可能话喺佢阵中里面靠一啲世界波可能突破到重围嘅，可能净系后备里面嘅迪亚高嘅啫，其实就。好，而家一个皇马嘅右路攻势啦，弹翻俾中间嘅基迪拉喺个廿零码点嗰度吊个波埋入嚟，哦，结果呢、这个无人地带，无人地带啦。嗱，呢啲咪就系头先我所讲啦，基迪拉系咪好中意自己将个波带上前边，然后跟住去做一个唔准嘅长传啦，冇错，晒出嚟俾你睇。即系其实如果呢个系沙比嘅咧，沙比系唔会喺呢啲位放个波入去，佢都系会再俾边啲，或者佢宁愿就系喺后场嗰阵时候放个波落去俾斯朗同巴尔。好少咁样带到个上嚟，然后跟住将个波掟入去禁区里面去做，你睇到个模式系完全唔一样，个踢法唔一样。咁但系我相信佢都无奈何啦，因为冇咗沙比啦，冇计。或者佢会带咗上嚟先，俾咗 B B C 先。跟住而家见到一个左路嘅攻势，见到宾斯马叫到个波俾阿迪马利亚过唔到米兰达喺个左路边线嗰度。好，跟住一轮绕人之后，见到米兰达啱啱好俾到个波，咁啱交到个波俾阿努尔加西亚，努尔加西亚对住刚才过到之后。哦，结果沙子奥拉莫斯第二提咗部杀咗波出嚟，辗转之间落到江巢手上，一个夹住两个，跟住回翻去后面沙子奥拉莫斯，回翻俾最后一个嘅卡斯拉斯。好，跟住见到马体会嘅球员都冇乜压力逼啦，跟住见到好好松容咁样将个左脚交翻出去中圈，见到哦一轮嘅扰攘之后，又系落到卡斯拉斯手上啦。嗱，睇得到而家咧。大家可以一路留意住卡斯拿斯咧，系越企系越出嘅，佢好大危险。咁咩迟早嘅啫？其实迟早一下啦。如果但系冇办法，又即系又冇计啊！你睇到马体会，事实上佢哋又唔可以好似做咧佢之前所做嗰啲嘅踢法咁样，喺个中前场里边去焗你啊、逼你啊、压你咁。因为而家佢哋都唔够胆做呢样嘢，变咗佢就即系变咗佢可以咁。俾佢咁放肆去出嚟咯，咁但系我话俾你听，即系迟。如果只要一次和买中场横传波，特别系一断咧，就好危险。嗱，睇翻呢个波有冇机会先。哎呀，可惜个波冇人接应，好彩跌翻落嚟右边。呢、這个应该系路易斯嚟嘅，呢个系嘛？呢个米兰达啱啱转翻去米兰达度。米兰达跟住见到米兰达攞住个波喺后面啦，
回翻俾龙门嘅哥图尔斯，慢慢嚟咯。好啦，咁啊，打廿分钟嘅时候都系零比零嘅，咁啊，俾一个数字大家啦，咁啊，佢两队嘅最新嘅控球数字啦，咁啊，见到咧。皇马是62对这个马体会38的。正常啦，因为始终他马体会缩得比较厚一点，而且迪亚高哥斯达8分钟。太早了。太早伤了，那就变了他更加被动的个形势。好，跟着现在看到巴尔在右边拿着个波对着高基，高基看到太高来的。一个谂住吸落去，俾咗佢右闸左攻上嚟卡华即，哦，见到散中个后卫个头，跟住见到阿哥图尔斯好轻松咁样将个波接住。咁啊，哥图尔应该系散中奔斯马个头，定系散中米兰达个头咧？好，跟住见到哥图尔斯喺度将个防指示咁将个防线移前少少，跟住将个波放喺地下嗰度，将个波斩咗出去啦。好，第一点俾阿基迪拉攞到，话传翻去右边嘅卡华积。卡华即喺度望紧，等紧，望紧人交嘅，好，结果俾咗巴尔再回翻后俾摩迪，好，帮摩迪弹翻去中间俾阿基迪拉，基迪拉又再次推前弹咗俾奔斯马，再弹翻俾基迪拉，哦，甩咗个波，哦，结果摩迪好彩，好嘢啊，回翻个波弹翻俾中间嘅斯朗拿度，再右边嘅干柴奥，好，迪马利亚，竟然要交俾迪马利亚过突破咗三道线啦，对住加比，好，跟住呢个时候铲伤。铲低咗阿迪马利亚嘅，见到加比系，结果系球证吹罚咗，介乎一个三闸线到嘅一个左路三闸线到嘅一个罚球啦。今日就冇咗沙比啦，咁啊变咗咧啲罚球都冇咗一个即系经常性可以去做一个主导嘅人，咁啊睇下边个埋去做呢个罚球啦。通常都系斯朗啊。咦，唔系摩迪，斯朗顶头锤嘛？哦，我唔系通常呢个时候咧，阿斯朗会冲出嚟就罚球，我谂啊有机会射嗰啲咧，就系啦，系佢争住嚟啦，嗰啲就啊顶嗰啲啊交俾佢。见到阿巴尔喺个前柱位，跟住阿沙治奥拉姆斯喺个右后柱位嘅，好，摩迪准备处理一个嘅左路嘅一个 K 个位个罚球啦，好斩翻出嚟去到近处，哦，掉翻正中个龙门嗰个。估下呢个波佢想射，唔系俾嘅。哥图尔斯就好冇受佢困啦，咁啊结果接实个波嘅，都唔系话太刁钻啦，射得好正中。佢系想，我相信佢想扯去远处角嘅，不过个波就可能扯深咗啲，个弧度太大。好，呢、這个时候见到阿沙治奥拉姆斯准备将个波清出去横边界嘅时候，结果俾阿祖安拉，阿祖安咧踩到个鞋踭，踩到个鞋踭，好古惑。结果一个右路嘅一个界外球啦，成个甩咗，连对靴都甩埋出嚟，真系。喂、哎，球真系好古惑啊！嗱，而家23分几钟啦，吓都问佢做乜，都问阿球证做乜，我哋佢哋鞋都踢甩，我哋都唔罚佢咧。咁所以而家俾少少时间绑翻鞋带先啦，乜都系假。好，跟而家啊，见到沙洲啦，莫斯喺度好优雅咁样准备绑鞋带。梗系优雅啦，桑伯兰咧准备喺右路嘅一个嘅界外球啦。可能掟长喎，睇佢咁样走。似系啦，见佢抹晒手，咁咪掟翻短喎，掟翻俾。好，跟住见到米兰达一个 one two， 佢右路一个出波，去到远处俾阿卡华积达顶翻出嚟嘅，去到 K 角位嗰度见到阿高基攞住个，唔系大卫啦，攞住个波打一个 one two， 又去大卫伟拿打翻中间俾阿斯朗接咗个波，准备打反击。好，过咗个半场啦，好对住一个一打二，好打翻俾右路嘅奔斯马，奔斯马准备出个波嘅时候，散中后卫打翻出嚟，见到巴尔攞住个波，结果阿泰阿高第一时间将个波铲咗出，涌咗出嚟。呢个波奔斯马日落不得了，边有可能喺嗰度长传嘅，嘥咗个波。好，跟住见到哦，依马体会打反击唔成咯，跟住见到皇马已经翻晒喺后面一轮中场嘅猜波啦，见到应该系高基攞住个波嘅，好，跟住打翻俾后面嘅泰阿高。节奏开始慢翻少少噶啦，马体会都希望上脚，因为如果再唔上脚咧，佢个 recover 好辛苦啊，佢要慢慢回翻气啦，个波喺自己脚度唔好咁容易断啊。见到一轮短传入心，因为 K 个位变咗高基攞住个波向翻后面跑，跟住交俾弹翻俾左路嘅泰阿高，泰阿高喺度揾人俾啦，准备出波嘅时候，结果俾阿摩迪铲翻，用只脚伸翻出嚟后面中圈嘅地带啦，好一轮嘅长传吊波。好、哦，结果无人地带，卡华即好轻松咁样将个波清咗出去底线外面。边线？边线外面？唔好意思啊。好，又系一轮马体会继续都系攞住个波嘅。好，见到泰阿哥准备过嘅，
一打二去到左路嘅边线，亦都真系喺左路攞住个波，哇长系咁，哇见到呢脚波，沙治奥纳莫斯踢 Q 啊，踢咗出去底线外面啊，真系，哇！唔单止卡华即有问题个位，结果沙治奥纳莫斯好有佳作嘅炸弹式表现啊，真系依下。咁而家廿五分半钟啦，咁马德里体育会喺进攻路线嘅右手边得到一个角球啊，亦都系今场第一个角球嚟噶，其实系，嗯。好，结果是高基准备去处理一个右路的角球了。好，见到摩迪是企住前柱的，好，高基就斩了出来，好，中间结果被华拉尼顶返出来，去到 K 角位的时候，比较迪马利亚拿了第二点，諗住打反击的时候来个奔斯马利亚的 1-2, 结果长吹直进，拿了八达通是这样推了，哦，这个时候老伊加西亚从后拦截了。结果球证俾咗黄牌俾佢，赚咗啦！我呢个时候准备喺度开波，两边都两边一张。沙治奥拉莫斯准备抽水嘅时候咧，结果球证亦都俾咗张黄牌俾阿沙治奥拉莫斯嘅。呢个波咧，沙治奥拉莫斯就攞嚟搞嘅。其实个波球证，因为球证一定俾嘅，佢唔使咁嘈啊。嗱，首先我哋又补述翻先啦，领少啊，好似大家都好似冇介绍过球证嘅国籍啊，我剛才看翻个资料就好似应该是德国球证嚟嘅。佢好似之前吹过欧霸杯决赛嘅。系啊，咁、但系呢个波我话俾个球证就好聪明、好清醒同好清晰话俾你听，就系、是、我已经俾咗黄牌路易斯加西亚，你边个埋投诉嘅，我就俾埋你。嗱、呢个波咧其实就赚咗嘅。如果你要严少少咧，呢个波可以俾红牌嘅。因为有少少直接影响到个单刀机会。唔系 exactly 系从后拦截啦，呢个波。中波系啊，唔系，总之呢个动作就系从后拦截噶啦。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問題咧，同埋呢個德國球證好有經驗啊！第一時間就係去指咗啲聊事鬥非嗰啲先，咁佢變咗佢後面好做咯。殺雞儆猴咯，一個黃牌全部行開。而家一個左路嘅一個靠大概離門大概二三十碼嘅一個罰球啦，斯朗準備叉，準備企曬 pose， 準備射處理呢個嘅自由球。呢啲咪撐住射咯，準備射門。好，佢嚟翻近，射得太重，正中間啦。結果哥圖爾斯就接得實啊。佢個高飛曲墜咧做唔曬啊。其實見到個人牆咧係散開曬，係啊，其實個人牆好有問題，曳到不得了啊！個人牆，個人牆好有問題，就真係靠個龍門。好，呢個時候見到啊一個球迷喺度，有冇搞錯？成根本射唔靚嘅。好，见到皇马一个高空波解围，结果俾阿高颠又一脚波散咗去卡华即嘅距离，哇控甩咗个波，结果可以做翻个修正。好，推咗走又 kick 过咗阿大卫韦纳，结果从高机嚟嘅，咁啊结果侵犯咗卡华即，咁啊结果吹罚咗一个罰球嘅，唔好意思。嗱，我话俾你听啦，而家皇马嘅球员咧就全部咧已经系醒目到不得了噶啦，佢而家每一个波咧。嗰啲球而家皇馬啲球員咧，因為佢哋啲真係好有大賽經驗，我話俾你聽，而家每一個球員，你喺後邊踢中佢好，唔踢中佢好，掂下佢都好，佢都會跌嘅。因為點解咧？佢知道球證開始係會俾牌嘅，咁所以咧每一下動作咧，佢哋總言之個波輕輕都輕輕掂到都好啦，啊條鞋帶掂到佢都好啦。佢都系会跌噶啦，头发掂到，系啊，因为博佢系攞黄牌啊嘛，的而且个马体会系不嬲以硬正起家啦，咁所以佢踢啲波去到呢啲时候，我谂相信都需要呢啲嘢噶啦，因为你睇得到对波冇埋个杀手，佢而家唔靠硬正嘅，佢点样可以挨到九十分钟啊？同意啊，攞咁几个黄牌，你根本你都唔够胆咁硬正去拦截啦，因而令到个战术成个战术体系会受到好大嘅掣肘咯。好，而家见到呢球波，阿摩迪分翻俾左路嘅。迪马利亚推翻由中圈俾阿摩迪，好，跟住俾咗后面嘅基迪拉又一个直传，哦，结果俾阿泰阿高截咗个 intercept 咗个波，哦，依下高基嘅一个犯规啊，铲跌咗阿巴尔，都真系小事化大、啊，结果吹罚一个我卡华即嘅铲跌咗佢，哇！但系呢脚波其实铲得几肉酸下。但其实呢球都应该可以俾张黄牌照。几脚我话俾你，我头先睇几脚波咧，都睇到马体会咧开始离料啦。啲波咧系好硬净当中咧，系全部喺后边啊、侧边啊，总唔知简单啲讲句，佢每下铲落去咧都系向住只脚去铲嘅。嗯，好，跟住应该系闹咗句嘅，其实哦，结果应该吹咗宾斯马一个手球，但系有冇手球啊？而家睇慢镜就冇手球。好，开咗出嚟中间嗰个档，佢空手，第三只脚，好，见到佢俾咗左边嘅菲勒比路易斯啦，
跟住開咗個一個長傳波上嚟，好第一點又係俾沙治羅馬斯頂到，跟住俾咗基迪拉頂咗第二傳，好跟住摩迪攞住個波準備拆動一個快攻，跟巴爾就彈翻俾阿摩迪，摩迪再俾翻右邊嘅巴爾，巴爾喺度 ，C 朗嚟嘅 ，C 朗睇人俾，俾咗左邊嘅乾查奧彈翻俾左邊邊靠邊線嘅迪馬利亞，扣過咗魯爾加西亞，哦結果俾阿。封冚魯爾加西亞封冚啊，冚咗出嚟，真係封冚啊！好，結果回後俾阿米蘭達再回翻俾，而家呢個時候咧，泰亞高已經放慢咗個節奏，準備慢慢再長傳急攻，再策劃一個攻勢啦。嗱，即係簡單啲啦，我而家睇得到咧，基本上如果上半場馬體會去捱得住咧，咁啊真係要希望啦。如果你想場波一路都 keep 住刺激好睇咧，就希望馬體會唔好失波。亦都唔好，起碼唔好話即係再多啲牌太多啦，係啊，但係佢而家冇辦法，佢焗住要做呢樣嘢啦。睇下呢個威脅有冇威脅啦 ，send 出嚟中間，哇，好型咁樣，有姿勢有姿勢，哇，幾個波之後好混亂啊！呢個波，因為解圍嗰下解圍得唔係好靚，因為沙祖拉穆斯嘅插水頂頭槌頂翻出嚟之後就撞咗落去佢哋嘅我馬體會係咯，唔知邊位球員嚟㗎啦，睇唔到啦，好混亂啊，好混亂之後，跟住之後再射一腳。咁啊，馬體會爭啲喺，哎呀呢邊又見到啊，頭鋒佢俾 intercept 咗個波，好巴爾準備推，好左路一射，哎呀，處理得好差，好差，好差真係。嗱呢個波咧，重點一樣嘢就係佢揾唔到嗰個點啊，即係我哋揾唔到個點嘅意思就係佢嗱，再睇翻個慢鏡啊，呢個波咧就係突然間馬體會個橫傳嗱，我就橫傳好危險好啦，俾佢攞咗波之後，佢太快啊，完全後邊嗰其實後邊嗰位球員已經想。铲落去，阿迪亚泰高嚟想踢，不过见到入咗十入咗禁区，惊输十二码，收起咗个脚。但佢食嗰个波咧就食唔正啦，佢揾唔到个点去射个波。嗯，佢想脚背拉啊，即系狂抽咁啦。咁但系突如其来啦，呢个机会都入咗，真系值一亿啊！成班球迷已经系起晒控啦，呢度已经睇到，我哋都起晒控啦，见到系啦，好明显啦。喂，即系呢下醒翻晒嗰啲人，头先一直都瞓晒响树噶嘛。而家摊大师喺度嘅，系啦。唔系重点，我觉得就系头先我哋成日讲啦。如果有听下我嘅节目，我哋成日讲啦，后场俾波咧就要俾到脚，前场俾波，俾波俾后场俾前场俾波就要俾空位。呢、這个波就曳就一，尽量唔好俾横传。唔系。横传一定会有嘅，唔可能一场波里面冇横传嘅。总之简单啲，俾到脚就得噶啦。唔系喺我哋踢波嚟讲，后场嚟讲唔好咁多横传。唔系，我哋另一半场讨论好唔好？因为而家32分钟啦。好，33分钟都接近嚟紧噶啦。其实就好，跟住而家应该系一个马体会嘅一个角应该系球门球嚟嘅。而家画面见到应该艾达杜兰同埋斯蒙尼喺度啦。着晒老西喺度睇波嘅，咁正常嘅。今日最隆重嘅场合，哇！嗰波想点啊？乱踢上去咁，解围。跟住见到阿桑法兰咧，第二点杀翻出嚟，结果阿斯朗同阿鲁伊加西亚咧争波出去出底边线外面嘅，应该系一个皇马嘅一个界外球喺进攻路线左手边，冇错，开咗出嚟啦已经，开咗出嚟啦，弹翻俾后面俾阿沙治拉莫斯一个45度嘅斜传，俾咗阿卡华积。卡華即刻對住高基回翻去後面，俾阿摩迪發動攻勢啦。推過咗一個之後咧，跟住見到喺度用腳面彈翻去左路，俾阿迪馬利亞過咗三日線，一個45度角諗住斬入去嘅時候咧，結果俾魯伊加西亞咧就清襲咗出去環邊界外，有一個界外球。好，跟住見到沙治拉莫斯俾翻去中間嘅摩迪，好彈翻俾右邊嘅卡華即。卡華即又一個45度角嘅。全中好，結果高天頂翻出嚟。第二點俾阿巴爾頂壓住阿菲勒比路易斯一頂咧，結果依球波冇乜威脅啊，又一個馬體會嘅一個球門球。呢個好窄啦，巴爾係想頂攻門，如果佢係用一個二傳嘅心態頂翻嚟中間咧，就會好啲啦。唔係，其實佢又唔係即係坦白講，大家爭頂嘅時候，有時咧個波滴咗去邊度咧就估計唔到嘅。不過 end up 就係個波。即主要就是我觉得呢个波曳少少，就是马体会的后防呢个波曳少少，即是你冇可能企喺度被动咁俾巴尔压上嚟顶咯，应该大家斗跳顶咧，佢就应该发唔到力噶。如果企定喺度顶咧，就变咗你谂住好似打篮球孭佢冇用噶，
你咁，因為佢助跑嘛，佢一定係高過你嘅跳嘅幅度。我見到有一腳嘅，咦？冤枉角球一個，有冇機會啊？馬體會，似喎，似喎，似喎，似啦！咁啊，咁啱係啊，大衛偉拿同阿華拉尼咁樣一個交鋒之下，咁啊逼到阿華拉尼一個嘅角球啦。呢、這個波其實太高，都係順勢咁掟落一個右路嘅角球，咁啊應該又係高機準備處理㗎啦，搖㗎啦呢啲。好，前處點亦都企曬人喺度啦，咁啊睇下究竟會唔會依個時候馬體會出奇制勝啦？加比準備開出個角球，好十二碼點跌翻落嚟，結果第二點俾阿馬體會頂翻個波，哦呢、這個球，哎呀，哎呀，笠入咗龍門啊！入咗個波就入咗啦，哦，應該係咪高啲嚟㗎？馬體會先1-0。馬體會，但係依球波其實見到卡斯拿斯嘅企出咗少少，令到佢回身再諗住立翻個波嘅時候咧，結果出現咗一個問題噶。成個半場上半場我都講緊佢行得好出㗎嘛。卡斯拿斯最大問題就係行得好出啊嘛，頭先唔係，我都唔係而家講啊，由頭到尾一分鐘已經係第一分鐘已經。一開波冇幾耐，我哋喺度講緊。其實見到一個睇翻呢個慢鏡先，睇翻呢個慢鏡先。嗱，哎呀，見到啊，係啊，應該係阿基迪拉嚟噶。佢應該頭槌意傳，即係頭槌改變咗個方向，變咗個波咧向後凹啊！官方嗰個係報咗高癲啊，係啊，正常啊，頂波嗰個啱啱一頂越過咗，完全負責任，因為呢個波係佢判斷錯誤。佢出嚟嘅時間根本上就係唔需要出嚟，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嘛，個波斬入嚟嘅時候有中堅同前鋒跳嘅時候，龍門係唔應該出嚟嘅，因為你唔知個波去咗邊啊。你係要 make sure 你出嚟就一定係掂到個波，佢根本上出個時間已經係錯咗。好啦，到到佢見到波落點落唔到去嗰時候，佢走翻轉頭咁啱就笠死咗啦。呢、這個波係一定係卡斯拿斯嘅責任嚟嘅，我覺得佢踢得太少啦。今年係真係收起佢，佢係淨係歐聯御用嘅啫嘛，冇其他用噶，係咪先？咁我覺得佢真係好大問題。好啦，而家咁樣36分鐘嘅時間裏邊，馬體會俾捉咗啦咩？咁啊，真係我哋好大事啊，大鑊啦！係真係一比一叫好啦。咁咪喂，但係你會見到就話預期咧，見到馬體會咧將會再將條防線再壓得厚啲。領少你個4-3都叫好喎，好多人叫緊好嘅，0-0斷咗。包括我哋頭先六四圍遊嘅時候，月光嗰個3-2都叫好嘅。好多人都叫緊好嘅時候咧，咁啊個波咧就喺皇家馬德里後場見過啱啱阿沙治奧拉馬斯過咗嗰條中場線，跟住彈翻俾中間嘅基迪拉，基迪拉俾翻阿摩迪嘅，好再彈翻俾巴爾嘅時候咧，哦見到菲納比魯爾斯好勇悍嘅地喺後面侵犯咗巴爾嘅，應該吹罰咗一個罰球俾皇馬，哦冇乜啫，都係小事啫呢個就，但係後面再踩佢咯，有嗰下屁股嗰下有少少兇狠啲咁啊！但系前面嗰下，我覺得好小事啫。我應該一個係介乎一個三閘線位啦。咁馬體會右路有皇馬右路一個嘅罰球啦。睇下邊個準備處理先。應該如無意外，應該摩迪準備處理嘅。係咯，見到斯朗喺度啦。斯朓嘅哦，迪馬利亞處理嘅，掉翻入去禁區入邊。好，太高頂翻出去。底線外面一個個係角球。皇馬進攻路線嘅右手左手邊啊。冇錯，冇錯。咪而家我哋呢度38分鐘啦，馬體會領先嘅1-0嘅，咁就見到斯夢尼好緊張，好緊張。咁頭先都 check 過啦，咁高癲一個係佢今屆嘅，當然係第一個入球啦嚇。唔係今屆，係歐聯嘅第一個入球。好，迪馬利亞左腳開咗出嚟一個角球，哦彎咗出嚟，見過一個 K 個位去到45度角再斬翻出嚟嘅時候，亦都冇人去。唔知斬咗去邊？唔知斬咗去邊啊？有一個馬體會嘅。龍門球啦，好，而家畫面亦都再次重播啊！卡斯拿斯嘅老貓燒須出醜片段啦。卡斯拿斯真係見到呢個波入咗八界㗎啦，入咗八界㗎啦。就算唔入八界，佢撈翻出嚟嘅時候都見到馬體會有個球員喺佢前面擲住個波擲翻入網嘅，努爾加沙尼嚟嘅。好明顯見到就係話高癲同基迪拉爭領嗰下，明顯基迪拉爭輸咗，亦都因為卡斯拿斯嘅出型失誤而引致到依球波嘅失波啦。好醒啊！嗰、那個高癲見好明顯，佢係見到卡斯拿斯係已經出咗嚟，所以佢係故意係將個波係頂向頂高少少，
而令到粒過咗阿卡斯亞斯，而唔係去做其他嘢咯。基本本能意識啦，因為見到個龍門行咗出嚟咯，咁佢咪蹬起條頸頂個波底試一粒啦。咁啊呢個波由始至終都係卡斯亞斯孭曬啊！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即係卡斯亞斯個問題就係、是，喂大佬你硬降門都好啦，你成日都冇比賽狀態，一年踢幾場波？好，見到呢球波又掉入去。一个接近小禁区的一个罚球啦，见到沙子奥拉莫斯压住努尔加西亚，咁嘅结果顶清楚出去底线外面一个又一个的角球。想补充少少啦，即系头先我哋喺季即系喺开波之前都讲过啦，比呢样嘢系的而且确又对佢有一定嘅影响，绝对系。即系高空波真系比会比较个高空主动权比较好啲。好，加比准备处理一个右路嘅一个角球。好，見到前處有摩迪企曬喺度噶啦，好，一佢開出嚟，佢又小禁區，又係應該係呢個係高機嚟嘅。啱啱講完個高空制空權嘅問題，就即刻又一球俾亞祖安頂到，而頂高咗嘅呢個角球係。呢球波如果高啲，一定死咗啦，已經係。成日都講噶啦，近處對出綠馬嗰個位係必定要守得好好嘅位嚟，又俾馬體會攝贏一次。好，跟住結果，見到而家一下諗住準備反攻嘅皇馬，又係俾阿皇馬體會接到個波彈翻去右路俾努爾加西亞。結果佢將依球波控咗出去底線環邊界外。好，開咗界外球出嚟啊！見到沙子奧拉莫斯指揮住成班球員向前壓噶啦。好，見果俾咗右路邊線嘅卡華積扣翻入嚟中間，彈翻去後面俾阿摩迪，摩迪再俾翻中圈嘅杰迪拉，再俾翻左邊嘅沙子奧拉莫斯彈翻去三閘線位嘅乾查奧後面少少嘅，又俾翻乾查奧，再回翻俾阿迪馬利亞。其實見到呢幾下咧，猜波其實見到馬體會冇乜點樣俾空間啊，皇家馬德里猜入去，一個長傳放翻入去，結果摩迪放大力咗啦，又一個馬體會嘅一個龍門球。心急噶啦！你而家輸緊一球嘅情況底下嘅，咁啊好明顯，即係皇馬亦都睇得到，因為馬體會嗰、那個後防嗰個密度咧，仍然係好夠。絕對。當然啦，佢而家贏緊一球，更加縮得更密添啦，更緊密一啲啦。咁所以變咗佢都冇位之下咧，佢好多時候就要將個波用一啲即係一個簡單啲嘅形容詞咧，一個過頭粒咁啊。咁啊，凹過咗後衞，但係你一凹過後衞咧，個波一落地就向前擠嘅啦嘛。咁好多時候就彈入禁區，龍門就好容易龍門接又有啦，或者落底線出底線出界都有啦。咁我相信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肥安都唔會急嘅，因為一球啫。咁我諗佢半場會重新去再組織。不過我見到咧，足球解讀嗰邊咧個 Facebook 有人發咗言啊，就話好少見肥安咁肉緊啊，就喺場邊度嗌生曬。个龙门令到肉紧啊嘛，梗系啦，咁样情况。换着你大波，成日个龙门出咗大禁区，你都肉紧。呢下差唔多啦，咁头先都出咗个数字啊，58-42嘅控球，而家暂时皇马都仲系58领先紧嘅。好，时间去到43分钟啦，见到奔斯马中圈去弹翻俾左边嘅斯朗又俾翻阿江巢，又呢一轮杀伤战就自己又见到阿基迪咧又瞓低咗喺度。好，结果俾马体会捋甩咗个波。好，見到阿努爾加西亞準備喺度捋下捋下，跟住俾咗啊輾轉之間，又個控球權又俾翻皇馬，皇馬準備再次處理嘅時候咧，喺度互相猜下，唔俾個波落地。好，見到後面應該係阿大衛維納攞住個波。好，見到沙子奧拉莫斯又再次侵犯，結果球證吹罰啦。我而家睇得到維納咧開始做一啲因為而家我相信前面真係靠佢一個去做呢個殺手啦，但係之前咧佢就好等機會嘅，頭嗰30分鐘都好等機會嘅。當入咗嗰球波之後，發生咗嗰球波之後咧，佢就開始有少少去搶機會。咁當然啦，而家如果俾佢再搶多球咧，我真係唔擔保皇馬可以追得翻。但係而家一球，我相信就真係冇，即係其實唔係咁大不了嘅。好，一個45度嘅波斜翻出嚟，好，第一點俾阿沙子奧拉莫斯頂翻出嚟，第二點俾阿賓斯馬，彈得唔好，但係結果冇問題，俾翻阿斯朗喺個右邊嘅邊線嗰度，好，俾阿努爾加西亞咁樣擲翻出底線外面。好，見翻頭先呢下，第一點沙子奧拉莫斯頂得唔錯嘅，真係得沙子奧拉莫斯頂得住嘅咋。好，結果皇馬而家又採取一個攻勢啦，喺個前半場。剛才我一個直線諗住彈俾個賓斯馬，結果桑法蘭咧將個波清出出底線外面，左路皇馬又有一個嘅角球。44分半鐘咯喎。好，咁
我相信皇马喺呢个时候希望喺半场前咧能够追得翻平手翻一个更衣室里面啦，准备迪马利开出一个左路嘅角球，开咗出嚟十二码点落，好第一点比较。马体会后卫封翻出嚟，结果卡华积喺右路攞住个波，俾翻中间嘅摩迪，摩迪又弹翻俾卡华积，哦，大力得只卡华积追唔到咯。啊，见到马体会开始逼抢嗰下咧，逼得好好啊，所以逼到阿摩迪咧将个波俾大力咗，所以令到个波出界，而令到皇马系中断咗个进攻。见到呢下，其实呢下真系过，即系有少少皇马体会真系逼得唔错嘅。好，而家准补、一分钟嘅，保时一分钟。看到又是基迪拉拿着个球弹回给摩迪，摩迪控制之后呢右路给卡华积斩回入中，想着斩回去中间给干查奥。好，现在看到巴尔斯朗落了来中圈拿着个球给基迪拉分回去右路给卡华积。卡华积望着给了巴尔，巴尔在右路对着俾入 K 个位俾阿摩迪，结果俾马体会重重嘅防线咁啊，解翻集咗个波解翻围出嚟，准备打一个反击嘅时候，结果基迪拉犯规侵犯咗大卫维纳，基迪拉攞张黄牌喎，冇错，即时俾个黄牌佢。哎呀，半场入更衣室之前又攞一张啦，黄牌已经，仲要系防守中场咁重要嘅位置啊！好明显见到今场波其实基迪拉有少少都系状态不足嘅地方嘅，都系下半场如果再系呢个比数嘅话，会马体会更加多嘅机会打反击咧。咁基迪拉喺后面作为后防屏障之前嗰个人咧，哇，更加多机会会犯规。唔系，其实我相信系咁嘅。而家攞张黄牌，即系代表咧下半场咧，佢就一定会好快缩手缩脚啦。除非有波单刀咯，否则时间保时已经过咗接近半分钟噶啦。马体会一个后场的一个角球，哦，开了出来，球证亦都吹了半场鸡咁啊，入翻入更衣室。上半场完，马体会1-0领先，咁皇家马德里。我相信咁啦，啱啱完咗场啦，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啦，咁然后翻翻嚟啊，顺便啊睇下啲慢镜头啊，我哋又睇下各个领队主持嘅见解啊，咁啦。同埋啲数字咁样咧。系啦，冇错。翻嚟再讲。一齐见。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喺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9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喺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9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喺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9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喺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
www.radio.com/UEFA。 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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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
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翻嚟啊！咁啊，呢一節咧，我哋先同大家講喺半場數據之餘啦，介紹翻先。而家你係邊位啊？我係領少啦。你係邊位啊？我係李麗。我係邊位啊？我係Marco。我係Marco。係好啦。咁佢嘅咧？係啦。咁啊，我哋先佢哋休息一陣先啦嘛。咁我哋休息補翻嚟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先講咗半場數據先啦。咁啊，其實而家個賽事就暫時馬體會領先1-0啦。咁啊，控球指數方面就58-42，皇馬係領先啲嘅。咁啊，射門方面咧，皇馬就3射2中。咁至於呢個馬體會咧，就4射2中，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咁啊，至於嗰、那個係控球嗰、那個角球方面咧，就係、是、呢個皇馬係2次，咁啊呢個馬體會3次啦。黃牌就皇馬2張，馬體會1張嘅。咁啊，至於仲有一個數字啦，就係、是、一個佢走動距離咁樣啦，有個數字可以講一講噶。皇馬今場暫時走動距離係53,056米嘅。咁至於馬體會咧，就暫時高啲55,171米。系啦，咩嚟噶？咩嚟噶？即系多个球员嘅走动距离夹埋啊！好混乱。如果佢前後咁行咧，係咪都計㗎？係啊，唔係即係跳操場咁咯，4步3步咧就計咯。類似啦。咁啊，另外越位就馬體會2次嘅犯規方面咧，就當然最馬體會嗰邊多啲啦，10次啦。咁啊呢個皇馬就8次咁樣嘅。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咁啊既然大家都睇咗場波咁耐啦嚇，喂有咩感想先而家？喂，我問你啦，呢兩隊最中意邊個？最中意邊個冇嘅喎，我唔係好熟嘅啫喎，呢兩隊嘢，你咧真唔熟嘅喎。我其實冇辦法，而家迪亞高古斯達唔喺度，冇辦法。咁如果你話即係暫時而家場內22個嘅，好老實講，即係馬體會龍門古圖爾斯。Yeah, 咦，有 fans 喎、啊，梗系啦， yeah. 人哋盛传话车路士啊，你搞清楚先，佢系车路士借过去噶嘛，系翻车路士，咁、啊、即系咩叫盛传佢咧？翻翻车路士呢啲，你话不嬲都传错嘢，借下都冇一件事嘅咩？借几年噶啦，其实就系咯，借下就冇咗噶咯。希望佢可以即系翻翻去啦，你吹水啊嘛，系咯。佢會唔會真係翻去㗎？希望啦嚇，即係希望在明天啊咩？係啦，因為起碼要睇下車路士肯唔肯接收翻佢。嚴謹啊，佢嘅做業節目嚴謹啲。點解會唔接收咧？佢可能因為阿斯治仲喺度啊嘛。係。咁變咗佢仍然即係要爭個正選咁啊！佢可能驚真係翻去冇正選，最驚呢樣。會嘅咩？因為佢其實咧，因為龍門呢個位置咧。是一个好特殊的位置来的。只要一个人保持稳定呢，其实通常教练呢是有个不会换的。正如好像其实现在你见到皇马犯错的卡斯拉斯一样，他其实他心里面属意那个呢是迪亚高卢比斯而不是卡斯拉斯。结果整季的联赛里面呢其实都是卡斯拉斯、都是做后备的。在杯赛欧联才会派他上阵。变了其实你会见到就是卡斯拉斯真的因为九疏战阵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咯。系啦，即系阴功喎！去嗰队又冇正选，借去嗰队又冇正选，好惨啊！咁样而其实而家盛传就话，哥图尔斯喺夏季咧都应该会翻去车路士噶啦，因为始终阿斯治又即系好似仲伤紧，都唔知几时翻翻得。二嚟啦，舒华沙亦都。以我估计咧，41啦，退休啦，41点啦咩？做唔退休？佢亦都退出咗国际赛噶啦。系啊，退出咗啦。下一步应该系会退休嘅，应该就下一步要退休。其实龙门嘅可以打耐啲嘅，龙门就可以个寿命可以长啲。杰斯都40岁退休啦，止唔止40岁啊？
我不嬲掛住曼聯噶嘛，你收工啦。咁啊，我哋台面都有啲口痕多康赞助嘅小食啦，咁样我哋亦都欢迎各位咧系继续可以好好享用咁样嘅。喂，有你唔系俾我食嘅咩？好，咁就去到而家呢个咧，距离开波前咧都仲有少少时间，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好，咁啊转头翻嚟咧，下半场开波嘅时候咧，我哋就翻嚟直播啦。好，唔好阻我食薯片。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喺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一点半，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 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喺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一点半，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 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喺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一点半，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 One-Radio.com/UEFA。好，欢迎翻嚟啦！我哋而家喺下半场啱啱开波，马体会嗰边系开咗波噶啦。冇错，咁啊，马体会先开波，就马体会下半场就开波嘅。咁啊，而家就过咗十几秒之后，见到马德里体育会嘅右路嘅进攻路线啦，见有个嘅界外球，咁啊，米兰达准备处理嘅，见到俾咗加比啊对住刚基迪拉，咁啊谂住出波嘅时候咧。俾阿基迪拉闩出横边界外，有一个嘅界外球。好，其实咧双方翻到嚟嘅时候咧，亦都冇任何嘅换人调动，因为原班人马再战嘅景。值得一提嘅就系话，迪亚高哥斯达已经喺八分钟里面伤出退下火线噶啦，由亚佐罗比先入替。好，见到依球波，皇家马德里一个解围出面嘅时候咧，就见到马体体会嘅所谓高癫咧。回翻个波之后咧，又亦都俾阿皇马再回翻出嚟咧，又再次顶翻出嚟嘅。好，右路一个俾咗大卫韦纳，再谂住二传，谂住 set 俾阿祖安嘅时候咧，俾阿沙子朗姆斯封翻出嚟。好，辗转之间咧，个波又落到沙子朗姆斯嘅手上。好，回翻后俾依场波犯咗错误嘅卡斯亚斯。好，卡斯亚斯再次回翻俾沙子朗姆斯。好，一轮互传嘅时候咧，见到后场都系皇马准备。猜定个空位上去，好，卡斯亚斯又斩咗出嚟啦。好，第一点就俾马德里体会嘅人咧封翻出嚟，弹咗俾阿佐朗罗比斯对住华拉利。好，呢、这个时候咧再扭完之后咧拖翻慢少少，回翻俾后面飞助攻嘅菲洛比路易斯，弹翻俾高基，再回翻后面俾阿佐朗罗比斯。而家嚟埋一个 K 角位嘅时候，弹翻俾哦谂住弹翻俾阿谂住传翻入去俾阿路易加西啦，准备喺个峨眉院。弹翻入去十二码点嘅时候咧，俾皇家马德里嘅后卫封翻出嚟。见到而家卡华即喺后场攞住个波回翻去俾禁区入边嘅卡萨斯，再斩个波出嚟，哦，斩得唔够高啊！结果基迪拉攞控甩咗个波，俾马体利体会嘅人咧封翻出嚟。睇到开波依几分钟咧，就马体会就尝试啦。
在前場呢就壓皇馬啦，因為他可能都預計到呢，斯慕尼都會預計到皇馬下半場出來都會搏，咁有一啲先發制人的感覺啦，同埋就睇得到皇馬而家都係未能夠去控制到個波，即係比較控得穩個波嘅攻勢暫時都未見得到啦。咁啱啱剛剛就見到佢喺前場就有一個罰球啦，咁係皇馬啱啱嗰半場冇幾多嘅啫，咁睇一睇邊個主踢啦？啊，呢、這個波應該係迪馬利亞埋去做一個長傳斬入去禁區裏面，然後跟住俾馬體會嘅球員頂翻出嚟之後落翻去馬體會嘅腳下，然後跟住去到三廿零碼度，大家互傳，有個波有機會啦，睇可唔可以轉到埋去馬體會嘅另外一邊嘅球員度。可惜好快咧就俾皇馬球員攞翻，轉咗去左路攞翻個波之後咧，睇下開始插動攻勢啦。睇到皇馬而家都比較心急啊，見啲人嘅動作，施質仍然冇乜料到啊，大賽病仍然係存在啊。絕對係啊，冇錯，見佢成日都喺個落翻嚟個中圈度攞波，諗住想策動個攻勢，結果往往都係自己個人嘅表現欲作祟啦。我覺得係，結果又經常性地做唔到一啲好漂亮嘅表現嘅。好，而家見到依腳波，見到菲立比路易斯一腳嘅頭先一個鏟波咧，見到重播。好，而家場邊見到斯蒙尼好緊張，好緊張。準備而家準備桑法蘭準備一處呢個右路邊線嘅一個界外球。好，而家睇人俾啦。好，抌咗出嚟。第一點俾魯爾加西亞攞住個波，彈翻去禁區邊線嘅大衛威拉。好，背對住個龍門，彈翻去俾右路。哦，意會唔到啊！結果俾迪馬利亞攞住個波，再諗住長傳嘅時候咧，俾馬德里體育會嘅球員咧刪咗出邊線以外。好奇怪啊！馬體即係黃。馬體會壓得咁前之後，皇馬以佢隊波咁高質素嘅球隊咧，咁高速嘅都仍然係唔能夠去控制到個波，即係佢當個波喺佢控球在腳嘅時間咧，佢哋好快就將個波踢翻出嚟啦。即係應該一隊譬如比較有強隊本色嘅球隊咧，就唔應該係咁樣踢嘅，因為佢喺後場攞個波，應該係好順咁將個波傳翻出嚟，同埋咧。發覺佢哋而家喺個後場咧，已經可以開始踢一啲長傳啦。如果唔識呢隊波咧，可能睇落咧，以為呢隊波係嗰啲咩後城啊嗰啲嚟嘅，好快就將個波長傳咗出去啦。呢波俾出嚟睇得到呢幾腳波啊，喺後場一俾翻出嚟，又甩咗，又俾翻馬體會啦。睇下呢個波有冇機會先。但係開始馬體會亦都好醒目啊，都將個波個節奏控制翻喺自己上腳度，唔急向前進攻啊！好，而家見到高基過咗之後咧，諗住出翻個波出嚟傳中。好，遠處嘅哦，見到大衛偉拿準備一個窩裏魯爾加西亞嚟嘅，諗住嚟一個窩裏，結果片曬啊，遠離目標嘅。呢、這個波啊，望啊望到佢啊，其實心急咗少少啦。最衰個波就彈一彈地啦。絕對係。如果個波係直接長傳出嚟咧。咁佢一黐黐低咗之後射咧，個效果可能會好啲。好，時間過咗五分鐘嘅時候，竟然見到馬體領先嘅馬體會，竟然能夠做到一啲再更加威脅到皇馬嘅攻勢啦。好，而家見到就係話馬體會咧嗰個前場嗰個防守能力咧，即係喺個搶截嘅兇狠程度咧，其實見到俾到皇馬好大嘅壓力啦。其實都有一樣嘢嘅，大家諗深少少啦。皇馬好多個都係國腳嚟噶嘛，喺依家呢段時間有少少忌嘅嘛。仲有廿日啫嘛，好似係啊，好快世界盃噶啦，大家記住留意啊！我哋跟住可能有好多個直播噶。好，見到摩迪一個長波分翻嚟右路邊線嘅卡華積對住菲立比路易斯，明顯搞唔掂嘅。好，見到回翻個大位。俾咗基迪拉諗住傳入去禁區入邊，哦，結果無人地帶接應咯。冇壞嘅，我覺得呢啲波，佢而家皇馬一路都做呢啲咁嘅中路入射啊、地波咁樣做落去咧，佢做到一下咧就有機噶啦。即係我覺得未去到好差嘅階段嘅皇馬，不過的而且確係受制於馬體會嗰個好硬淨兇狠，可以用兇狠嚟形容嘅攔截啦。絕對係啊！佐敦嚟比著你，你會唔會覺得皇馬有需要換人咧？呢一刻我相信而家咁嘅環境之下，我諗佢都未諗得掂，度得掂，買邊個啊？係啊，因為而家隊波好亂啊！即係我睇咁多場皇馬對馬體會咧，幾場嘅對大家對決咧，都冇見過一場波咧，好似呢場波咁，皇馬係咁急咁亂咯、啊。絕對係啊！好，而家見到一個輪個人突破啦，結果去到近乎峨眉月嘅時候咧，禁區邊峨眉月嘅時候咧，迪馬利亞就俾馬體會嘅後衞侵犯咗。咁啊，球證準備俾牌出嚟啊，俾咗啊高基嘅，好，啊唔係米蘭達嚟嘅，米蘭達攞咗個黃牌，
又睇下斯朗石。咁啊，而家利曼咧接近应该系大概22码左右咯，22、23码到啦。咁啊，皇马有个自由球啦，睇下应该如无意外，应该斯朗去处理佢嘅。呢、這个波就掹啊，要掹噶啦吓，掹嘅话就应该高天已经喺个禁区边个位置要危险啊，对付佢噶啦要。啊，呢啲就系即系typical 斯蒙尼以前做嘅嘢啦。咁啊，教翻曬所有自己啲球員嘅啫，咁好合理啊！好，見到阿 C 朗依個時候咧，已經擺曬 pose， 準備處理一個嘅自由球啦。咁啊，應該離門應該25码左右嘅。係咯，不過依個波就都有啲射程嘅，角度就爭少少，正咗中少少啦。係啊，唔係偏咗少少啊，偏咗少少，我嫌啊偏咗少少，不過就冇乜用啊。我見到哥圖爾斯喺度指揮個人場啊！咁啊，希望啊呢個人場唔會好似上半場咁啊，有個自由球咁樣散開曬啦。好，23码嘅。咁啊，可以講講少少數據咧。咪、呢個咧，馬體會咧，喺過去有31场聯賽裏邊咧，只要先開紀錄嘅咧，有28胜3和未輸過嘅。所以其實而家先開紀錄嘅話咧，其實好穩陣。係嘅，馬會都係咁講。馬會有咁講咩？唔係佢俾出嚟嘅數字咁樣講啦，等於講咗嘢㗎啦。好，呢、這個時候咧，呢、這個時候咧，見到球證咧喺度對住阿馬德里。哇！整個咁樣。馬體會嗰班人場，好，斯朗開咗個自由球，哦，見到一射埋，見到阿哥圖爾斯又雙手托出底線以外嘅，應該有散中嘅人場㗎。好，見到應該有散中人場改變咗少少方向啦。弹到个头，弹到个头，好左路一个角球出嚟，提一点漏咗，好结果 C 朗再射，哦远离目标，都系散到人，散到人嘅，好由一个左路嘅一个皇马嘅角球，迪马利亚再次准备去处理佢啦，好 C 朗已经准备接应，好见到12码点落，哦顶咗出嚟，柱边出啦，又系 C 朗领到嘅。好，結果而家呢一輪咧，見到皇馬開始有翻少少嘅攻勢啦。咁希望皇馬定翻些少，能夠做到一啲馬德里體會覺得比較混亂少少啦。你固然之咁講，都係好似要睇睇個皇馬個下一個入球咁。冇錯，絕對係啊！好，見到馬德里馬體會嗰個女球迷都幾緊張嘅，喺度雙已經將個毛巾揞住塊揞住雙眼啦。一定係咁噶啦，呢個時間54分鐘係咯。好，見到而家好穩陣咁樣處理佢，菲立比路易斯彈翻俾中間嘅加比喺度攞住個波彈翻去入邊，哦，結果過唔到阿摩迪。好，而家閃轉之間攞住個波，阿祖魯比斯咧喺左路攞住個波，好養兩養之後咧。俾翻加比，又俾翻阿菲勒比路易斯，再次準備 one two 想推進嘅，好結果哦，見到阿祖魯比斯爆過咗卡維積，哦結果喺個邊線位介乎喺個小禁區位置一慘個波出去出面，結果又一球馬體會嘅左路嘅一個角球。呢球波卡華積真係飆甩得好緊要，好差。佢諗住壓佢身位點知又俾人食翻轉頭啊！比較差啦，呢球波好明顯又係。上半場是他的一個弊病啦，好中意飆波啦。唔係，其實個問題是而家馬體會是完全不覺得佢下風，絕對是啊！好頭柱一個角球頭柱落啦，第二點俾阿加比攞咗出嚟喺個左路 K 角位嗰度，好三個人品字圍住佢，跟住彈翻俾邊線嘅高機，再次右路出波，好右腳嘅出波，跟住輾轉之間第二點俾阿祖魯比斯再次一射門咧，散中皇家馬德里嘅後衞咧。出翻去底線外面有一個角球，哇！這個波好危險啊！你睇到啊，嗱，一省，如果佢真係省中只腳改變方向嘅尾柱就入噶啦。嗯，冇錯喎。嗱，睇下而家成個情況咧，我相信皇馬係真係要開始要有啲肥安又有啲變動先啦。如果咁樣一路咁踢落去，真係唔係一個好上算嘅方法。嗱，睇下頭先我哋已經覺得角球咧，馬體會係好有組織性。睇下呢個波又右路一個球開咗出嚟啦，好頭柱落，C朗第一點頂翻出嚟。好，結果第二點咧攞嘅時候，俾阿桑法蘭咧集咗出去環邊界外。好有經驗啊！呢個波寧願踢歐佢，即係搶嘅時候攞唔到個波都寧願踢歐佢，咁啊等自己隊友可以早啲翻。好，加油球開咗出嚟，一個回傳俾阿甘查奧，
高而不遠彈翻去後邊嘅右邊嘅卡華查，卡華查頭槌回翻俾卡斯亞斯，哦喺個底線之前咧雙手接實佢，好、哦、準備換人啦！見到伊斯哥同埋馬塞路準備開始換人喺場邊準備換人噶啦，好見到馬哥已經開始好非常之興奮，見到馬塞路出現啦，好一個而家佢見到摩迪喺個中圈攞住個波彈翻俾沙佐啦，我先彈翻去左路。好一輪嘅 one two 猜波，好見到又係個邊線準備策動一個攻勢，見到阿迪馬利亞諗住還傳俾阿斯朗嘅時候咧，俾阿泰阿高睇到路截到個波啦，準備打反攻嘅時候咧，見到其實都馬體會都唔同你急咯。今日啲還傳好似全部都俾人睇到路，兩邊都係啊。唔係，同埋我話俾你聽，皇馬有個好大嘅問題啊！當佢哋喺前場壓嘅時候咧，佢哋四五個人埋去咧，都係攞隻眼去睇住個波嘅啫，係完全係唔埋去 pressure， 即係冇壓力之下咁望住佢哋去俾個波。好純 eye watching。係啊，呢啲真係好，即係呢啲係一啲好差嘅表現啦、啊！你冇理由三四個人埋圍住個波，你都冇人去出腳，等人哋引曬，即係變咗你變相你係幫人哋手引曬啲人埋去，然後跟住俾人哋將波 send 出嚟。剛才奧被換走，咁啊馬塞路入替。咁啊，準備應該仲有一個換人變動嘅，究竟伊斯哥會入替邊個咧？摩迪會唔會喺頭先見到鏡頭 pan 住摩迪，會唔會又係另外一個選擇？哦，換走咗基迪拉啊，應該摩迪會打喺一個介乎應該會接近一個沙比亞朗索一個位置啦。嗯，伊斯哥應該會推前少少，同阿迪馬利亞喺前場支援住前面嘅 BBC 組合啦。好左路一個四十五度嘅角嘅出波，好去到六碼點嘅時候，見到哥圖伊斯出嚟擒實曬個波啊，冇乜冇問題啊。我諗而家咁嘅踢法就即係我相信馬斯路當然可能有少少傷啦，如果唔係應該係正選嘅。同埋近嚟剛才我其實表現都幾好，但係今場波真係感覺上都冇乜太多嘅威脅做咗出嚟啦。好，跟住見到摩迪將個波分俾左邊嘅馬斯路。好，又彈翻俾好，慢慢將個波彈翻俾阿摩迪，再次策動個攻勢啦。好，睇透，分翻俾右邊嘅卡華積，去到三十線位置，跟住彈翻俾中間嘅伊斯高，伊斯高推前俾個波斯朗就彈翻俾左邊。好，俾咗馬塞洛，呢球波接應唔嚟咯。呢個迪馬利亞接唔應唔到咯。迪馬利亞嚟嘅，見到呢球波傳得幾急啊！成隊大一打都好急啊，絕對係。跟住見到而家阿比比喺度場邊同我剛才我喺度好緊張，喺度提緊搶啦。好，一個教球封咗出嚟，又俾皇馬嘅球員頂咗第二點。好，見到摩迪攞住個波，好，結果係輾轉之間咧，又係一個皇馬嘅教球，彈翻俾中間嘅伊斯高。好，推過咗嘅時候咧，哦，過唔到第一重嘅皇馬嘅馬體會嘅守衞啊，好。想打一個快擊的時候咧，左路應該是阿祖安路比斯嚟嘅，好推住個波對住卡華積，準備爆過佢噶啦，好爆唔過，俾阿卡華積搭咗出嚟，但係個波依然落喺阿祖安路比斯上，一個二嘅時候咧，好一個傳中俾阿馬塞路頭槌 second 波第二點截住咗，彈翻去右路俾阿桑法蘭推過去嘅時候對住。馬塞路傳中的時候被馬塞路用個身體遮返出嚟，再次傳中的時候馬塞路攞個頭再次頂返出嚟，好結果第二點又係被馬體會嘅球員再次截到個波，再次喺個左路喺馬塞路嗰邊係咁傳中，而家係咪基本上針對住馬塞路傳咗出嚟嘅時候咧，會唔會集中係攻擊依家個點咧？未企定啫，我覺得仲而家一路咁樣踢落去，皇馬而家佢換咗嗰幾個球員咧，嗰、那個上腳嘅控制應該會比較好啲咧。我相信佢其實而家即係肥安想諗嘅嘢就係想換幾個比較上腳好少少嘅球員出嚟，然後跟住咧控制翻個戰局先。然後跟住先去揾機會去入波，因為個波成日唔喺自己只腳嗰度咧，係好困難。你想做咩都做唔到啊！個波成日喺人哋腳度，而家佢希望就係換幾個上腳好少少嘅球員去做翻啲組織嘅攻勢。坦白講，對波我相信佢哋所有包括領隊都知道質素有噶啦。而家睇下點樣去將佢控制翻個戰局嗱。呢個波又轉咗，左轉又都係落翻去白衫皇馬度嗱，開始有啲攻勢嚟啦。見到呢個波啱啱馬斯啱啱換入嚟，開始有啲進攻入到禁區裏邊。就啱啱想將個波出翻翻嚟，咁好可惜啊！省中咗馬體會嘅球員，嗱輾轉之後又落翻去白衫度。我見到沙子奧馬姆斯同阿迪馬利亞嚟咗個 one two， 好攞住個波右路右腳嘅出波，斯朗竟然留空咗，結果賓斯馬一個唔為意，咁啊漏咗波出去底線外面。
呢啲系C朗嘅殺手鐧嚟噶啦，衝入去就要頭槌噶啦，出得都幾靚，出得唔錯嘅。第一點其實應該係C朗應該攞到，但係佢個波嘅落點有少少高高地啦。誒，其實有少少跣到嘅喎，其實都揩到嘅佢，揩到亦都令到賓斯馬嗰只腳咧攤唔到個波。嗱，呢啲係冇辦法去 mark 佢嘅，因為咧C朗除非你有人去跟死佢嘅，因為呢波咧佢係由後邊衝上嚟嘅。呢只默契嚟嘅，開始見到有啲料到咯喎，咁但係咧，肥馬，咁我見到馬會嗰個咧就好似都唔係幾睇好喎，竟然係啊，下一個入球有 2.2 倍啊，哇，好好分效喎！我呢邊點解 2.2 我已經 2.15 啦，都仲有係咩？我啱啱更新咗 2.2 係啊，下一個入球可能你有得諗噶，我啊，係 2.22 啊，係咯 2.22 啊，有得諗下噶。好，有一個馬體會嘅左路嘅攻，即係左邊嘅攻擊路線嘅左路啦，阿祖安路比斯攞住个波喺度猜翻出嚟，猜空佢之后，泰阿哥俾咗个高基，高基就对住摩迪，摩迪嘅高基又俾翻阿祖安路比斯，一个踢过个波嘅时候，见到高基哦对住伊斯高砸咗出底线外面，咁就马体会有一个左路嘅角球啦。多翻伊斯高咧，个中场嘅活力应该会大翻啲嘅。咁啊，揾咗摩迪去打嗰个防中，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因为国家队佢都。類似的位置都踢開的，咁應該問題不大嘅。咁啊，睇下角球啦，因為馬體會嘅角球真係我覺得係一個殺陣啊！見到阿高癲啦，上半場係入球功臣啦，又再次助攻上嚟啦。咁啊，睇下點樣處理啦。高基一個右腳嘅開波，好頭柱位一落，米蘭達一頂嘅時候咧，哦，一個應該係都係白衫頂到嘅，白衫皇馬頂到。但係頭先見到球證指去球門球嘅，以為係手都震曬，以為球門球。我見到皇馬 fans 嚟噶，上半場已經好多好多表情啊！我哋啱啱 BBC 收到張相，我哋睇下佢攻勢先啦，係啦。好，一個波斬出嚟嘅時候，俾皇馬嘅球員再次解圍出嚟啦。好，加比攞住個波彈翻去俾左路嘅高基，高基俾咗阿祖對住摩迪又一個嘅角球啦。好，頭先阿領事有咩想補充啊？係因為啱啱見到咧 BBC 嗰邊有個記者咧，就喺呢個馬體會個主場嗰處咧就。是啊，擺一個中間啊，中間擺咗個電視機，四邊電視機喺度。哦，好似燈籠啊嘛。係咯，啲走馬燈嚟嘅。走馬燈嚟嘅。好，左路嘅角球一開出嚟，第一點俾賓斯馬咁解圍出嚟啦。哦，後面前場已即係馬皇馬嘅前場冇曬人啦。結果馬體會有一個嘅諗住傳送啦，結果一個長距離傳送之後咧，馬體會係一個越位在先嘅。馬體會都換人啦。好，何西蘇沙準備出嚟啊！睇下換走邊個啦。好，結果而家皇馬開咗個波出嚟先，未趕得切換人住。右路嘅卡華積攞住個波，好 fit 過咗，好諗住一個直線俾佢去嘅時候咧，結果泰阿高一個侵犯，結果球證冇乜表示嘅，輾轉之間出咗橫邊界外。何西蘇沙準備換入啊魯爾加西亞嘅，咁應該會加強少少，可能話個人突破能力啦。即係開始睇得到皇馬好似冇乜料到咁喎，咁啊準備打反攻啦，係啦，唔係其實一個互相牽制啦，佢出翻佢嘅時候會一個互相牽制作用嘅，始終都係。好啊，十五分鐘喎，啲球迷已經開始捧啲假杯啦。嗯嗯，通常有咁早嘅預備，可能到其時隨時出事喎。呢啲有啲緊緊地添，呢個啊六啊五分四啊幾秒啦、好，咁啊，見到華拉利攞住個波，俾翻左邊嘅馬塞路，馬塞路再俾翻左邊邊線嘅迪馬利亞，迪馬利亞一個過頭波，哦，諗住俾斯朗嘅時候，結果俾咗去米蘭達嗰邊解圍出嚟，但係又係啊，迪馬利亞攞住個波俾阿加比解圍出去邊線外面，皇馬又抌完嗰個界外球入嚟嘅時候，沙斯奧拉莫斯左路右腳開咗出嚟，開到遠處位，見到阿菲亞比路易斯頂翻出嚟，哦，第二 second 波咧又俾伊斯高執翻。俾咗摩迪引球突破，好推過咗一個嘅時候咧，彈翻去中間俾斯朗，好俾咗賓斯馬十二碼點回翻出去，好一個射門，伊斯高喺外面一抽，冇角度冇力度啊！相信皇馬係需要依啲嘢啦，就係、是、將個波做得比較有啲深度，入到去禁區嘅時候可以揾到一啲射門嘅機會，做唔到回翻出嚟喺禁區頂路射，咁當然啦，喺
馬體會的龍門來說，我覺得他的穩健度都夠，在禁區外圍射他不是那麼難，不過有個問題就是迴旋呢對於他來說我相信是一個很大的障礙的，因為全部遮住了很多時候都，我相信現在皇馬都是在這個方向走，因為打衝撞波希望拉散他，打衝撞波打衝撞波是完全沒有辦法可以搞得掂馬體會，主動去回皇馬度比較多。我看到又是一個左路的一個攻勢，在米蘭作桑法蘭那邊是這樣搞，結果搞不掂之後呢將個波解圍咗出嚟啊！馬體會又 set 緊波咧，又俾阿皇馬嘅球員攞翻。好，左路馬塞路準備出波嘅時候，俾馬體會嘅球員襲咗出去底線外面。哦，未出底線外面之前啊，哥圖爾爾斯咧已經出咗出嚟接實個波，唔輸一個角球啦。我覺得而家馬體會都係想即係我哋俗稱啦，或者俗啲講句啦，捨人尋舊路啦，睇下可以都係咁捱住塞住咁啦。咁但係我相信皇馬呢場波，因為一場過啦，佢都冇得諗噶啦。我相信個變化會喺75分鐘左右咧，大家都會有啲調動。再一67分鐘啊，我哋即管睇下會啦。係啦，我哋估會唔會過嗰陣會換走埋賓斯馬換嗰個前鋒出嚟？摩拉達咁嘅話，可能如果佢真係去到衝撞嗰下咧，睇下其實安察洛提點諗啦。如果相信佢可以做到啲嘢嘅。即係去到最後都係要換佢嘅，都會。因為我覺得賓斯馬今場真係踢得好靜，唔係因為冇乜機會去到佢嗰度一啲波，但係同埋去到佢嗰度咧，米蘭達同埋菲立同埋你始終踢一個前鋒啊，高堅已經夾實佢啦。唔係，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變咧，我估佢可能會換走迪馬利亞，即係換走一個即係都唔使創造啦。你啲波如果你打傷去換埋阿摩拉達落去兩個去衝嘅時候，都唔使去愛咩衝愛咩創造球隊啊，即係創造嘅球員啦，咪將啲波揈入去咯，揈入多個前鋒咪 OK， 咁咪收起一個創造型嘅球員咯。我估會係咁換啦。如果真係要換，好，其實而家見到咧，而家皇馬喺個後場猜波咧，都遇到一啲困難。見到馬體會其實已經壓到上嚟對方三閘線嗰邊啦，正常嘅，不嬲都係咁噶啦。馬體會就好，跟住見到伊斯高攞住個波，分翻去右路邊線嘅卡華積打翻俾巴爾，巴爾推翻佢個大位，跟住結果傳翻俾中間嘅摩迪，跟住彈翻去左路嘅斯朗再俾完之後一輪混亂，結果米蘭達又解圍咗出嚟啦。好，結果依球波馬體會準備解圍出去嘅時候，俾馬塞路集返出去邊線外面，有了馬塞路之後呢，你發覺那邊的上波和那個威脅性和策動性已經大了很多了。那有些網民啊網友有沒有些東西說一下，暫時沒什麼特別，一見到其實都是圍繞著剛才卡斯拿斯那一下，其實是嗎？大多數都是見到是圍繞著這裡，這個我們在反而是港日四圍有個 Facebook 出現了這個，就是說這個呢是大家是很奇怪為什麼卡斯拿斯這麼久即是生疏了，所以就是這個老貓燒酥形象。那我們都在另外一度啦，那我們有班主持人咧，有個 group 啦，咁佢哋都話咧係實在太耐冇夾啦，搞到而家亂曬大龍就係咁嘅情況啦嚇。咁係啦，大家可以踴躍啲繼續喺度留言。我見到賓斯馬諗住攞住個波嘅時候，對住兩個後衞諗住回翻嘅時候，冇人 follow 上嚟，別個俾馬體會嘅球員接翻出嚟啦。諗住打反擊嘅時候咧，其實都等啲球員上嚟嘅時候，見到都其實都唔係好想啦。好，結果皇馬嘅球員攞到個波嘅時候，見到斯朗。分翻去左路俾阿伊斯高，伊斯高喺个边线拿翻出嚟俾马塞路，马塞路望住佢时候又斩一个斩波，远处嘅巴尔心口控定，攞住嘅时候左佢吸，结果应该出咗越位在先啊，越位，手球在先，手球啊，手球啊，嗱，我发觉所谓嘅大赛思路唔得咧，其实都有另一个问题，我而家睇到思路啲波咧就好收。即係好收嘅意思就係話，佢平時踢開嗰啲個人一個對一個嗰啲，全部好收收埋曬，完全唔攞翻出嚟，都唔知係咪留咗喺屋企咁啊！完全未見過佢一個品個，因為以佢而家咁嘅踢法，或者而家以馬體會咁嘅情況咧，你冇一個個人突皇馬冇一個個人突破嘅球員去做呢件事咧，對於馬體會嚟講係好好踢嘅，好難去追翻一球咯。即係一定要靠斯朗或者靠佢哋前面嘅球員有啲突破性。你見幾個波都係馬斯洛喺左路係咁去過波，咁先有機會攞到啲即時空位出嚟去做。如果下下波咧都仲係喺前面度交來交去，好有少少交差咁嘅形式咧，我相信真係有啲問題啊。我見到頭先有一球波，馬斯洛準備做第一點嘅攔截嘅時候，攔截咗出嚟 set 緊波俾
馬體會的球員攞翻分翻，大衛偉拿分翻俾右路的何西蘇沙，一個射入到個傳波，見到卡斯亞斯中了腳，卡斯亞斯同大衛偉拿一個短兵相接，炒埋一碟啦。我見到卡斯亞斯有啲痛苦啦，應該會叫軍醫出嚟睇一睇啦。亦都俾咗張黃牌俾大衛偉拿嘅，咁應該會吹犯，就話佢侵犯啦卡斯亞斯嘅。好明顯抽水㗎啦！呢個波龍門一定受曬呢個波，因為佢唔可以唔出，同埋只腳舉得好高。偉拿，佢係唔係佢都係想向個波，佢想去搭中個波，然後去入波嘅嚇。咁但係個位就係咯，龍門就冇計啊！呢啲波一定硬食啊！好，跟住摩迪準備再次發動一個攻勢啦。跟住見到巴爾攞住個波。其实都是占据住个控球权都几多数嘅，好分翻俾峨眉鱼嘅 C 罗，再次打翻俾巴尔左嘅一射，哦，中啊，柱边出界咧，中就一定冇啦，因为落地落唔住，波好劲，射得好快喎。好见到摩迪脚面一弹，再俾 C 罗 one touch 一俾个巴尔插上嚟一射嘅时候，好稍微食歪，唔系其实你睇得到咯，你而家马体会就系、是、唔系 ，sorry， 皇马就系要爱呢啲波咯。就是要一下即是前方拿個球一個 one touch， 然後跟住俾你做到個即時空位，你就要起腳去入，即係去射門，咁先有機會入波。如果下下都仲係喺兩邊度搞，搞完一大輪都唔能夠將個波 send 入去咧，比較困難咯。嗱，即係啲短，即係短嘅快嘅速度，你先可以令到佢哋難防守。如果你下下都諗住上腳猜住咁做咧，就比較困難咯。呢、這個都做得唔錯喎，皮馬。係啊，而家有一下嘅犯規咧，見到迪馬利亞準備接應一個傳波俾佢嘅時候咧。桑法兰侵犯了他，亦都吃到张黄牌了。好了，咁啊，开始一路数紧啊，有几多个马体会系冇黄牌了。好，时间已经去到73分钟，接近74分钟了。咁其实见到皇马嗰种嘅，即系近嚟，即系近呢十零分钟采取一个攻击态度，开始能够打得入马体会嘅心脏地带啦，已经系开始。啊、我突然间变咗64台啊，咁啊讲下一个入球啊。O K， 诶，我呢边啦，咁啊，皇马暂时都有2.8倍啊，咁啊，至于如果冇入波嘅话咧，1.62，马体会有下个入波6.5倍啊。好，见到头先有一下嘅左路一个罚球咧，长传去俾远处嘅巴尔再二传 set 翻俾 C 朗，谂住嚟个凌空窝里抽射啦，结果。马体会的球、哦、炒高了，应该纯粹炒高了的。补充多句啊，领少入球大细呢，现在是球半两球，大是 2.65、啊、小都 1.42、是啊、看来马会都觉得应该1-0收场的了。现在1-0呢，它是 1.62 的、那个比那个、马体会赢1-0 1.62 啦、啊、好，跟着现在又是一个皇家马德里准备推进再次发动攻势了。好，馬塞洛交翻俾伊斯高，伊斯高俾咗摩迪，摩迪就準備睇定啲又再分邊啦，分咗俾右邊嘅卡華積，卡華積再次分翻俾中間嘅華拉尼，好，華拉尼再推拆嚟拆去拆咗俾阿沙治奧拉莫斯，俾咗阿伊斯高已經開始有人撲出嚟啦，彈翻俾左路嘅馬塞洛，馬塞洛喺個邊線嗰度俾咗迪馬利亞，諗住拖還俾阿斯朗，斯朗再俾翻阿迪馬利亞，哦，結果搞得太多嘢啦，俾阿桑法蘭解圍出嚟打翻個快擊，好、哦，跟住見到中圈線嘅時候，見到阿沙治奧拉莫斯咧，就第一時間將佢解圍出邊線外面。見到而家反而咧，我發覺到咧就係摩迪打翻阿沙比個位，係啊，打翻阿基迪拉頭先嗰個位咧，係成隊波嗰個長即係個分波同埋嗰個進攻嗰個路線個平衡咧係好咗好多。個梳理嗰個係啊，因為佢長傳準啊，所以佢其實啱㗎。肥安將佢擺翻後一格係冇乜問題啊。我睇翻呢個波有冇機會先。我今日真係覺得迪馬利亞，如果我而家係教練，我相信我第一個喺皇馬裏邊嘅11個裏邊咧，首要要換一定係換迪馬利亞，係完全冇作用嘅。而家喺個左路嗰邊對住桑法蘭，其實都冇乜太大個威脅見到咯。因為身體互對性嚟講，佢又弱咧。即係剩翻最後一個名額就換佢啦。我估係啊。我見到阿巴爾推住個波，俾唔到摩迪，跟住還彈翻還俾伊斯高，伊斯高俾翻左邊嘅迪馬利亞，又一個射入到佢嘅傳中，俾阿高顛第一時間頂翻出嚟啦。犯規應該吹了賓斯馬侵犯了高殿的，應該是剛才見到賓斯馬和高殿在空中爭頂的時候，見到高殿頂完個波之後是跌了落地下的，應該就是吹罰一下了，拱人
冇錯，見到佢喺後邊，喺個手踭，係啊，開中佢背脊㗎，擺明批嘅呢個。好，見到阿皇馬啲球迷喺度，有冇搞錯咁樣啊？好，跟住哥圖爾斯開出一個角龍門球。好，華拉尼頂咗搶贏第一點啦。再次投出嚟嘅時候咧，哦，見到菲勒比路易斯好輕鬆咁樣傳翻俾前場嘅球員啦。好，又見到哦，嚟翻個經典嘅反擊。巴爾喺個右路推波過咗高天噶，再次一射，係實在處理得唔好啊。其實見到巴爾今場波嗰幾下嘅有威脅嘅埋門，三腳波埋門都係咁樣。係，其實呢下咧其實好典型嘅一啲皇馬嘅招牌攻門啦，招牌攻勢啦。巴爾喺個邊路度傳翻俾中間嘅斯朗，斯朗第一時間傳翻俾巴爾噶啦，已經係。但係喺個窄角度嗰度處理得唔好嘅，已經係。係啦，即係我哋呢個波，其實幾個波巴爾都係，因為佢我覺得佢其實太慳咯，成日都係死左腳咯。呢、這個波佢喺右路推落，應該用右腳射個角度會比較好啲。左腳其實都大嘅，因為個後衞埋嚟壓住你咧，你用翻隻左腳射個角度就自然細咗咯。嗯，好，而家有一個馬體會準備再次策動嗰陣，一個直傳，越左衞士位在先，好似越嚟越叫糊，肥安又好似冇乜料到咁咯。哇，緊緊越位咗啲啊！見到阿斯蒙尼非常之慾緊啦，去咗十，梗係慾緊啦，要多十二分鐘可以創造歷史啦，已經係。咦，真係換走賓斯馬，換走賓斯馬，換入咗摩拉特，應該加強少少嘅衝撞能力啦。斯朗啊，前打嗰個中鋒啊，前鋒換前鋒啦，都係換位啦，但係性質有少少唔同啦。就都係比較穩陣啦、啊，即係如果而家我哋見到 K 個位，伊斯哥加翻俾左右邊嘅卡華式邊線，打翻俾伊斯哥，見到高天以身相許，第一時間將佢閘咗出去環邊界外啦。好，呢球波卡華式喺度鼓勵嘅球迷喺度起哄啲，俾啲噪音出嚟。好，卡華式。一個大腳抌出嚟，抌翻去俄美於對出少少，馬斯攞住個波分翻俾左邊嘅迪馬利亞，迪馬利亞噏翻出嚟嘅時候，一輪波自己彈下彈下，又轉轉之間喺個邊線嗰度俾阿迪馬利亞攞住個波吸翻去大位，好推過一個，推過第二個，死佢噶啦，應該睇你個款，但係對住桑法蘭又係過唔到佢啦，博康拿點知俾佢真係博到喎，真係。而家我谂呢十分钟啊，应该系好精彩噶啦，睇下睇下皇马有冇啲机会嘅啫。好，开咗出嚟，俾阿沙治奥拉莫斯又一个右脚嘅左路出波。会唔会又好似头先嗰场咁样，九十分钟搞掂一比零？马体会都系而家都唔望自己有二比零噶啦，佢都系一路。你见到其实已经全军退守得好紧要噶啦。系咯。好，又一個又彈咗俾右路邊線嘅卡華積啦，卡華積搞唔掂之後回翻去大位少少，俾阿伊斯高再次分翻俾中間嘅摩迪，再次進行個分波嘅。好，彈翻俾隔離俾阿沙治奧拉莫斯，又俾咗馬塞路，再次俾咗左邊邊線嘅迪馬利亞推翻埋中間大位少少啦，又俾咗阿摩迪。好，差咗入去俾伊斯高，諗住再得多入去十二碼點嘅時候咧，又過唔到米蘭達。再次解圍翻出嚟啊！依、這個時候高天叫成班馬體會嘅防線再次褪翻出嚟，再次壓迫翻對手嘅。好，見到摩迪又去再次攞住個波，過到第一個嘅時候，見到對住加比嘅時候，再次侵犯咗阿摩迪嘅。好收腳啊！呢、這個波好，依球波球證冇乜表示，冇俾牌佢嘅。咁啊，準備一個大概我諗應該離門都幾遠嘅一個罰球嚟嘅。而家依啲波唔會真係攬射啦啩？而家你要見到啊！而家你要見到啊！摩迪準備處理嘅，頭先見到左邊少少個畫面，左邊少少應該摩迪。理論上右腳會好啲嘅呢個波。嗯，個鏡頭影住摩迪，睇下佢點樣發板啦。好，左邊迪馬利亞出一個出波，一個混亂之間咧，輾轉之間去到邊右左路邊線啊，菲爾比路易斯彈翻俾隊長嘅加比，加比準備移轉收圍攻嘅時候，摩拉達就重合侵犯咗加比嘅。有排分啊！哦，有排分，分翻幾分鐘先。不過呢個球證係一個好大賽球證，佢好識處理呢啲波嘅嚇。我呢個時候咧，高天係準備喺度煽風點火啊！問點解搞下事先㗎啦？搞下事先啦！點解問球證點解唔俾牌啊？咁啊，一定有排玩啦！而家咁嘅環境之下。領少啊，這個時候場邊見到艾特偉列特就準備換出嚟啦，再次塞多個後防喺個馬體會後防線嗰度，再次塞多個空位，唔俾皇馬有位插入去啦。換走邊個啊？
應該未知，而家喺場邊應該頭先喺度面授機宜噶啦。但係鏡頭對住阿菲納比魯爾斯，係咪真係會換菲納比魯爾斯咧？因為見到菲納比魯爾斯而家瞓咗喺度，好似條氣好似好唔順咁樣，但係見到佢有啲 sexy 嘅畫面啦，竟然係有啲。点 set 蛇先？小山丘咯，两腿之间有个呢、哦、个时候，你哋应该要出嚟睇睇啦。第三只脚系啊，第三只脚你望唔到啦，你哋遮住咗，遮住咗。阿李力太迟啊，呢、這个系咯，童子军答应哦。好，见到阿菲娜比路易斯一拐一拐咁样俾阿军衣扶咗出去场边外面，我死都唔怕出个场边先。哦，亦都系换走咗菲娜比路易斯，艾特韦利特入替咗佢嘅委换位嚟嘅啫。而家呢个咁艾特韦利特就比利时国脚，亦都入选咗23人大军噶啦。好似都换晒啦，系嘛？换晒三个咯。马皇马仲有一个咧，应该。皇马都换晒啦，摩拉蒂换咗，再换晒啦。大家都已经。所有後備籌碼都行曬啦。好啦，咁啊，剩翻七分鐘時間。如果冇加時嘅話，十分鐘到啦。我諗連補時，順便補補啦。下一個入球，如果你夠膽買嘅，而家皇馬就4.5倍，入球大細就球半兩球就係5.5倍。若果你夠膽買冠軍嘅話，我俾大家聽，馬體會1.04，皇馬8.2，你夠膽買就得啦。好，跟住見到阿華拉尼攞住個波，彈執咗俾中間嘅巴爾，巴爾。飞过咗一个嘅时候，又俄美伊同阿斯朗嚟谂住嚟个 one two， 好，跟住俾咗左边嘅马塞路，马塞路猜翻去一个 one two， 弹翻入去，哦，漏过晒，见到卡华即再次封翻出嚟，谂住出翻个过头波，结果俾阿古图尔斯企翻个位置接翻实个波啦，有排企啊，佢又话有排拖咯，拖咯，企又唔会企好耐嘅啫，得六秒。喺足球解读嗰边有位听众都留咗个言嘅，就话呢个大圣野射塌咗奥鲁菲什。我就係講頭先之前嗰腳波嘛，係咯，一個反擊好乸好靚嘅，我就單啲講咗好乸靚添，唉！你哋講咗最後都係，唉，好又係一輪一個右路嘅一個攻勢啦，結果搞唔掂啊！左邊嘅艾特韋列特彈翻出嚟，皇馬繼續攻啊！嗯，冇錯冇錯，好，跟住見到馬塞路一個飛過咗一個。彈翻去俾邊線嘅迪馬利亞嚟一個出波，去到遠處斯朗一個二傳，哦撞翻入嚟，哦見到阿艾特韋列特飛身將佢波頂翻出去俄米約裏面，見到伊斯高再次策劃攻勢，再打翻俾左邊嘅迪馬利亞，哦諗住俾阿摩拉達嘅時候，結果米蘭特飛身將佢波頂出底線外面。買嘢抽下筋先，唔好入住啊皇馬，你買咗啦。我冇讲任何嘢啊！我叫佢唔好入住，因为开国球嘛，边有入住啫？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呢个时候我情不自禁问咗人，你问咗啦。好，见到米兰达都冇乜事啊，企翻起身，好准备处理一个皇马攻击路线左路嘅一个角球。嗱，而家得啦，开波啦。好，迪马利亚开咗出嚟。好，见到第一点塌晒之后，见到阿大卫维拿攞住波，准备再次抌下波中啦。诶，结果一轮 one two 俾阿摩迪接多个波，飞过咗一个，俾咗右边嘅卡华积，卡华积，唉，处理得唔好，俾人哋扣咗个波啦。好，见到加比准备转手为攻。諗住壓過卡維積，但卡維積好勤力回翻後攞翻住個波，但係俾阿大衛維納咧從後推跌咗佢，跟住吹罰咗一個去啦要罰球再次開咗出嚟，哦，輾轉之間去到左邊嘅馬塞魯再次執個直線出嚟嘅時候咧，結果散中馬體會嘅後防啊，結果個波再次落喺馬體會嘅球員手上。我而家咧睇睇下咧，皇馬嗰啲人咧急到咧，直頭自己都亂埋。咁啊，希望佢而家冇咩嘅。佢我諗佢純粹而家希望一個 K 國位賽次出發，係純粹自己靠佢哋個人能力，希望用佢個人能力去六號攞牌啊！六號馬體會高基，哦高基都攞埋黃牌啦，高基都攞埋黃牌啦。咁喺皇馬嘅進攻路線 K 國。介乎禁區 K 角位嗰度又有一個罰球啦，咁睇下斯朗想唔想直射再次英雄咁出嚟啦。皇馬而家79倍喎，其實呢個波就哦掹人啦，掹人啦，掹佢啲頭髮添啊！阿佐敦幫幫我買10分。唉，好，迪馬利亞一個出波，好去到頭柱，哦，結果俾阿米蘭達泰亞高封翻出嚟。
但系马利亚攞住个波，再次一个出波，结果散咗出去底线外面。好心急，皇马而家都系睇住呢几分钟搏命，搏噶啦，大家咁啊，87分钟就差唔多，大家马啦。好，见到阿斯丹忧心忡忡啦，阿斯丹喺隔篱喎。喂，但系斯丹系咪好似话传闻下年翻嚟教啊嘛？嗯。但是以他那種情況，我會覺得是體育總監的職位比較適合他一點。是。好，跟著哥圖爾斯一個龍門球斬出來過了半場，第一點也是被何西蘇沙拿著球，但是被摩迪回回後被馬塞魯。好，馬塞魯推下推下推上球球了，準備出一個過頭球，大過頭球了。哦，對著摩拉達比摩拉達比亞高顛的時候吹罰了摩拉達，應該扯跌了高顛的犯規啊，這個球。好，解讀這邊 Facebook 有個最新的回覆，就是馬體會越踢越定，成功在望。當然大家都已經看得到真的踢得不定的，其實今場到現在為止，應該說馬體會呢今年以來呢很多時候都是個防守啊等等各方面都踢得好定，做得很好。哦，这个告诉你听啦，是我哋啲上嚟做个嘉宾㗎啦 ,Sam 哥啊。Sam 哥。是啊 ,Sam 哥啊，上嚟做嘉宾㗎啦。咁我都要照顾。我知啊，是啊。多谢你啊 ,Sam 哥啊。好我哋场。时间去到88分钟剩返2分钟啦。而家皇马越嚟越急，但係个波仍然落喺马体会嘅手上。马体会而家喺度猜下猜定咗，而家等你嚟㗎啦。而家亦都开始准备好嚟嘅一个国球期战术啦。好，结果。哦，諗住馬塞洛諗住嚟嗰個轉身圍攻，點知俾阿泰阿哥一個連消大打咁射咗，解圍散開咗。馬塞洛亦都見到佢而家掘下嘅。好，一輪分波，跟住見到阿巴爾攞住個波喺個右路過咗個三閘線位啦。好，哦，亦都俾阿加比攞住個波，唔係呢個高機嚟嘅，攞住個波轉身圍攻。哦，一輪應該係吹罰咗，依、這個唔係，依、這個應該係卡華積嚟嘅，吹罰咗佢從後攔截嘅。在个中圈线嗰度从后拦截咗高基嘅，冇计噶啦，而家上晒火噶啦，哦，呢个时候斯蒙尼可以发癫啦！我睇到而家即系你话有咩办法？其实而家啲领队喺度除咗做呢啲嘢之外，冇其他嘢做，人又换晒，系咪先？里边嗰啲嘢踢到已经入晒球，系啊，佢都冇办法噶啦。你摆个血压计喺只手指睇下白唔白？唉，见到个基迪拉同埋宾斯马两个喺度揞住块，揞住个口都已经知道揦口揦面噶啦。好，一个长波攞到嚟，去到左路高机俾翻大卫韦纳。好，见到阿伊斯高同埋摩迪夹住佢，哦，结果又俾阿大卫韦纳攞咗个罚球翻嚟。好啦，89分钟，如果我如无意外估计正常咧，连埋嗰啲抌波中之下咧，应该咧就补4分钟到啦。我谂，因为始终下半场换咗5个人，应该差唔多咁上下啦。应该、好，应该高机准备处理佢嘅。而家最惊就系如果去到最后啊，即系要再加时嘅话，咁点算咧？而家换晒全部人换，其实都冇啦，因为你喺90分钟里边去。即系你喺90分钟里面去，大家都冇办法可以想到后面的事啦，唯有就是见一步行一步啦，系咪先？好，而家90分钟10秒啦嘅时候啦，左一个角球，好俾阿卡斯亚斯接晒佢，接到嘅。卡斯亚斯喺度大叫一声，准备转身嚟攻，大脚斩咗出嚟，好过咗半场先。好，C朗第一时间顶咗个波二传，见到啊。这个时候马体会再次解围出边线外面高机来的。我觉得即是马体会现在这样踢呢又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来的。他应该尽量将我波控球在脚咯。好，如果你卡华即现在拿着个波弹回中间的 EC 高。Sorry。好，见到摩迪拿着个波，好给回 EC 高，分回去左路的迪马利亚。马塞洛来的拿着个波，跟着回去后面给华拉尼。跟住再次彈俾伊斯哥，再次拆準備分波拆劃攻勢，一個過頭波俾咗阿迪馬利亞，一輪之後回翻後俾伊斯哥，伊斯哥分翻去右路俾卡華積，卡華積對住大衛啦，一個左腳嘅出波，好俾翻哦，一輪之下咧，見到阿摩迪攞住個波彈翻去右路俾阿卡華積，傳中出嚟，見到高天砸翻停個波啦，跟住解圍出嚟嘅時候咧 ，set 緊波又俾華拉尼頂到咯，
見到伊斯高攞住個波對住分翻去左邊俾摩拉達，摩拉達再一次一射咧就俾阿特維利就解圍出嚟嘅。好，馬塞路一頂俾阿迪馬利亞喺個邊線撈翻切個波。哦，呢個時候越嚟越急啦，見到皇家馬德里越攻越急啦。好，分翻去俾右路嘅卡華積，彈翻去中間俾阿伊斯高。呢、這個時候咧又俾阿馬體會咧再次解圍出去過半場後邊啦，而家後面剩翻阿卡斯亞斯一個人嘅啫。唉，咁梗系啦，马体会啲人都全部缩翻晒喺自己个半场里边啦。睇翻官方公布就系话保持五分钟嘅。哦，而家过到九十二分钟，一个左路嘅出波，见到艾特韦利达压住阿摩拉达顶翻出去底线外面，一个角球嚟嘅，应该系睇嚟都系皇马嘅最后机会嚟噶啦，应该睇嚟。卡斯亚斯上唔上埋嚟咧？好，我哋开出个短角球，右路嘅吸翻去大位，回翻去俾俄眉月嘅伊斯高，伊斯高分翻俾左路嘅。迪马利亚一射，哦，散中人，跟住改变方向，又一个右路嘅一个角球啦，揿住嚟抽啊！好，九十二分钟三十六秒，全世界紧张，呢个时候见到所有揞住个头准备啦。喂，唔好话，即系我哋呢度都紧张噶呢度，即系由呢、這个好右路个角球一出，哎、哦，一比一，要拉姆斯啊！哦。九十三分钟临完场前两分钟的时候，见到他接应角球一顶顶翻去预传，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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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个波胆添。头先几多倍啊？头先七十九倍嘛。唔系，系呢个时候见到皇家马德里成班嘅支持者都已经兴奋晒，我谂佢哋都压抑咗好耐啦。阿马交你搞清楚先，头先我七十九倍系皇马以九十分钟要赢，即系而家剩翻分零钟，得唔得啊？得唔得先？你讲得唔得先？都有机会嘅。但系见到呢下咧，其实喺个十二码点嗰度咧，顶得好靓，好明显咧，阿泰阿高系跟甩咗沙治奥拉莫斯噶，即系争少少嘅啫。系啊。跟甩曬啊！唉，真係，其實簡單啲講啊，喺皇馬裏邊能夠頭槌稍為可以識攻下波嘅，都係得沙治拉莫斯嘅啫。我見到皇馬主席嘅佩雷斯振臂高呼啊，真係。喂，佐敦塊面僵硬咗，頭先就冇事踢埋先講啦。好，九十四分鐘。咁啊，一比一又重新嚟過啦！見到呢個時候啊，斯蒙尼又再次叫一叫嗰班球員咧，就冷靜少少嘅。應該係都係補多兩分鐘嘅啫，係嘛？應該照計咗咁樣。應該都睇嚟都會著兩，可能補多半分鐘至一分鐘。你講得正確啊，領少。好，右路一個温諗住温超再次差上去啦，結果俾迪馬利亞猜翻出集翻到啦，跟住準備打翻個反擊嘅。見到馬塞路再次一個長傳過頭波，諗住傳俾摩拉達。俾阿美連達攞住個波，俾翻阿泰阿高，泰阿高分翻去右路俾阿加比，加比彈翻去俾右邊邊線嘅高飛，唉，爭啲講咗高飛添，真係高飛九九啊嘛！好，見到阿伊斯高喺個邊線出面咧，就解圍翻去邊線外面。好，見到阿沙比阿朗素呢個時候咧，同班球員喺度攬攬石石啊，見到佢幾咁開心啊，真係陰功上場咁樣嚇。好，去到時間咧，剪完好快去到九十五分鐘啊，結果一比一，九十分鐘完場。各位聽眾們，我哋要加時啦，冇錯，加時嘅，我哋開 OT 啦。而小弟喺 Only One 嗰個股波亦都不幸中咗波膽嘅。好嘢，好嘢，唔好意思啊，冇問題，要送一句。阿 K 好嘢，阿 K 好嘢，唔系即系咁，我哋仲有嘅，头先我都讲啦，我都系希望打和，然后跟住加时皇马赢嘅，我都未断。我哋都系嗰句，阿 K 好嘢啦、啊。好彩我赛前嗰注飞买咗马体会和。但系咁讲啦，你话观乎可能话呢个下半场嘅表现啦，其实你会见到皇马其实。有威脅的攻門啦，其實即係點講，成場波皇馬的攻勢咧，其實越攻越亂，越急嚟越急張嘅。其實你話可能話咁啱，其實可能把握到佢馬德里體會錯誤咯，其實係冇錯認同嘅，而令到依下一比一，其實令到我會覺得馬德里體會真係有少少唔抵咯。雖然我著住皇馬波衫啊，講啲古仔啊，咁啊想當年咧，車仔贏嗰次咧。
咁啊細佬咧就買曬佢半板，咁咧就收足半板錢就好環保，即係一條飛都冇曬過嚇。咁啊今日咧就都幾環保，咁啊買咗三條飛，三條飛都中曬。咁就好嘢啊！恭喜曬！入球大細我就頭先嗰陣時候就最初嗰陣時候就買咗一轉啦，咁就係球半兩球嗰陣時啦。跟住頭先咪同你講有 4.9 倍，有6倍嘅，咁又買咗轉啦，咁好環保啊！今日都三張飛都中曬，暫時嚇。好啦，咁呢個時間都可以講少少嗰個上半場全場個數字先啦嚇，咁樣其實都唔叫全場90分鐘啫嚇，因為而家仲有加時啊嘛。咁啊 ，possession 啦，咁啊，皇馬就59對呢個馬體會41，咁其實睇落下半場好明顯啦，皇馬搶攻啦，咁變咗佢嗰個控球比率都高啲嘅。咁啊，角球咧反而係馬體會多一個，咁啊8-7嘅。咁至於咧黃牌數字就當然啦，馬體會而家頭先阿佐敦講個好問題就係馬體會剩翻幾多個人冇攞過黃牌。咁啊，實質上應該咧就係有6個嘅，因為佢有5個人攞咗黃牌啦。咁啊皇馬有兩個嘅啫，咁啊射門次數方面咧就13-7，咁啊中籠咧就5-4嘅，咁啊至於你話嗰、那個犯規個次數咧就好明顯馬體會多啲，馬體會21次，皇馬係14次嘅，係啦，咁啊數字上睇落都冇，都係叫做唔係好點分到咯，其實可以咁講。或者咁讲啦，同我哋赛前预料嗰啲嘢，喂，都好中喎、啊，话、啊、打和啊嘛，好中喎、啊。其实都话皇马会有啲缺陷，马体会又一粒不突，咁啊1-1，吓、啊，真系好啱啊，讲得。皇马缺陷就好明显啦。好，咁冇问题嘅话，這个时候咧，俾大家休息一下先啦。结果因为你要明白，你要知道下半场攻得几急同埋攻得几入肉嘅时候咧，咁我哋需要啲时间去休息翻，回下气。咁啊，仲有加时个30分钟，大家要大家挨下噶。成支水饮晒啊！好，休息翻嚟，转头再见。好，俾时间收下钱先。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咧？星期六深夜1:30，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下半场加时上半场已经开始咗啦，咁啊而家暂时比数都系1-1嘅。咁啊啱啱开波10多秒啦，咁啊我哋都突然间因为都要去个洗手间，咁我哋个洗手间系偏远少少嘅，咁啊所以翻嚟都得两格嘅啫，系啦。咁啊，其實都啱啱開10多秒嘅啫，我哋呢邊就10多秒啦，可能出邊就可能都開咗一陣間㗎。你老友阿 Sam 已經話杯面出動啦，已經要。係啊，個個都杯面出動啊，包括我老婆。
台喺度啊！阿嫂，大家好，阿嫂啊，阿嫂你好，人哋老婆你好，人哋老婆。喂，讲场波先，唔好讲老婆。好，即系见到啊，而家右路一个教球抌咗出嚟啦，见到应该吹罚咗马体会嘅球员犯规，吹罚咗大卫韦拿嘅。我谂而家马体会可能都跌埋心水。砸好噶啦，因为其实亦都冇办法，即系喺嗰啲时间失波咧，系即系冇乜计嘅，我觉得守得太耐啦，而且佢守咗都守咗半场啦，系啊，守咗成半场，而家突然间又要话翻俾你听，要你攻翻嘅时候，其实都好难做到呢样嘢，所以都系焗住继续守落去咯，只能够。我見到摩迪一個過頭波，諗住傳去一個右邊嘅一個空位嘅時候，結果個踢轉有少少唔係好啱嘅情況下咧，傳咗出去底線外面，咁啊馬體會又有一個嘅龍門球。因為而家講心理狀況之下咧，而家皇馬基本上係叫執翻嚟嘅，咁啊要睇下佢哋嗰個心態就係、是，我橫掂都係執翻嚟嘅，我搏唔搏埋佢啦？定係抑或係話哦？我追翻啦，我冇咗個壓力啦，我唞一啖氣啦，咁啊到時候先至交俾個天去決定啦，咁樣睇下佢個心態係點咯。而家好睇皇馬個心態係點咯。馬體會一定即係如果你話皇馬嘅心態係咁咧，就話馬體會一定係睇個勢似係想守到去加時，因為12碼㗎啦，睇個勢應該會㗎啦，因為佢而家冇前鋒啊嘛。但係我哋唔好嚇真嘅。咁都係主攻，而家暫時阿伊斯高見到佢喺左手邊嘅活動，哎呀出咗界啊！而家皇馬喺進攻路線嘅左手邊會有一個哇斯蒙尼，哇出到嚟好惡啊！好惊啊！我相信佢而家咁样叫翻咧 ，turn 翻 up 成队波嘅士气啦，唔好俾因为嗰球波而打沉咗佢先啦。咁啊，见到而家摩迪分翻去左边，唔系右边俾阿伊斯高，伊斯高推翻去中间少少，俾阿中间嘅阿斯朗，斯朗谂住分去左边嘅迪马利亚时候咧，就俾阿米兰大家截翻出嚟。好，跟住见到阿摩拉大家谂住埋去拍翻个波嘅时候咧，逼跌咗，原来逼跌咗艾特韦列特嘅，咁啊一个罚球。而家依個時候見到安察洛提都叫成班波係冷靜少少，定啲嚟嘅。唔係因為而家佢哋嗰即係點講？不嬲都係以肥安嘅性格都係以穩見稱嘅。而家咁嘅情況追翻球嘅，喂，坦白講句，喺佢嗰個心態裏邊就42碼邊度贏都好，個責任就唔喺佢哋度啊嘛。咁所以變咗強隊就係咁噶啦。有時要睇下佢嗰個，即係要睇佢生死有命啦。簡單啲講就叫做喂。睇翻成場波嚟講，我都睇到而家 C 朗仍然係冇乜料到啦。佢大賽真係大賽，真係唔知咩事喎！佢成日都係咁嘅喎。我見到何西蘇沙咁住，同阿高基尼喺嗰度 one two， 再諗住猜翻俾右邊嘅大衛韋拿嘅時候，結果俾阿沙子奧諗下先截到個波出翻嚟。結果諗住再傳送，諗住轉身圍攻嘅時候，俾阿泰阿哥截翻。再次個波分翻去右路，諗住俾阿桑法蘭嘅時候咧，俾阿伊斯哥截翻個波出嚟咧。摩迪而家呢个时候咧，准备一个转手围攻打法反攻啦。见到分咗波俾左边嘅摩拉达弹翻俾中间嘅斯朗攞住个波喺我峨眉峪度俾阿高天短兵相接，又俾阿高天铲翻出嚟个波，弹翻去皇马嘅后半场。好锡身，即系好明显为咗个世界杯。系啊，为咗个世界杯，睇到啊呢啲波好锡身，即系以斯朗攞个波，佢直头见到人哋喺后边嚟，佢已经惊。即系咁样踢法咧，我好担即系。即係好擔心，即係你皇馬，即係老實講，呢啲係啲運氣所致啦。你死球係咪先？即係如果即係唔係一個唔樂觀啊？而家反而我覺得皇馬唔樂觀，或者有惡性循環啦。直頭因為 C 朗你明知有得打世界杯噶嘛，你更加錫身嘅時候，人哋更加 mark 實你，更加嚇你，咁所以你咧就更加縮腳，更加唔敢踢，好狠噶啦，真係更加唔敢踢，你更加唔敢做波嘅時候咧，就令到你嘅表現更加唔好。好，依家見到依個時候咧，摩拉達頭先同阿桑法蘭一個短兵相接啦，結果阿桑法蘭係受傷倒地嘅。呢個時候。哦，見到阿米蘭特同埋加比扯高，唔係有少少拗柴啊！呢個波，佢夾住咗佢只腳啊！嗯，見到佢喺度發曬爛，真係以為佢有少少做戲添。自己人都發脾氣喎，下腿撥開咗兩位，真係冇辦法啦！已經九啊幾分鐘，唔係再重要，我相信最重要係個角球啦。頭先嗰個波入波，佢有啲唔係好憤氣嘅，即係喺馬體會嗰個正常情況，同埋因為個時間性方面實在太過幾傷啊！我覺得真係絕殺劇。高級嘅嚟噶啦，已經係。我見到 C 朗啊，攞住個波彈翻俾中間嘅摩迪再次喺度睇人啦。結果交翻俾阿伊斯高彈翻，又彈翻俾個摩迪，再次分翻去左路嘅迪馬利亞。迪馬利亞一個45度角嘅出波，結果第一點就俾阿米蘭達彈翻出嚟啦。好，見到阿沙祖拉莫斯頭槌回傳俾阿華拉尼，跟住彈翻去右邊嘅卡華積。
哦，跟住依個後防喺度猜波，其實好頭先嗰個波好危險啊！頭先佢咁樣頂翻，比後邊嗰個波好危險啊！中間俾人一跳就出事。好，而家依個時候見到沙子安姆斯越殺越上啦。哦，跟住殺殺下，跟住又俾翻喺右邊啊，伊斯高一輪 one two 彈翻出嚟，見到猜唔到空位，又彈翻俾佢，推翻埋少少，見到跟住俾咗摩迪，再彈翻俾左邊嘅馬塞路，諗住出波就俾阿高基啊咁啊彈翻出嚟。好，跟住。好，即係認同嘅比較密啲啦。而家見到個摩迪，佢其實都喺度揾位比緊嘅。見到，但自己推入去喎。而家，都係過唔到馬德里體育會後防。而家馬體會打一個反擊，都係而家都係俾人鏟翻。而家沙治奧拉莫斯，中間又停咗，係咪俾得益？繼續去。而家伊斯高策動緊個進攻係嘛？又拖慢咗。突然間嚟個遠射，塌咗 Q。好，其實見頭先見到阿摩拉達咧，其實有佢對於可能話皇馬有少少話。他後防沒那麼多壓力，其實會有即有些什麼用途，其實會見到就是摩拉特和賓斯馬有少少不同的地方，摩拉特可以前場第一點去反搶回個球，但見到賓斯馬其實沒什麼怎樣搶球的，見到就剛才斯朗那個球都是射完這個球之後就開始有些拉拉地啊，又傷又勝啊，都幾個抽筋了，馬體會都有人抽筋了開始，剛才斯朗那種都是一種遠射來的，蛤遮住咗个添啊！哦，系啊，其实嗰个波完全系好软弱无力地射啦，射完之后都要即刻佢自己都趴瞓咗喺地下，起唔到身咁滞。咁啊，依啲都系配合剧情啫，射个波，射个咁嘅远射，佢仲唔系自己抽筋咩？特登入个一亿嘅过嚟帮你拉翻只脚。好，上加时上半场去咗一半啦，咁啊都系仲系一比一，而家见到咧。其實都皇馬都佔據住都主動嘅攻勢啦。好，而家依球波見到伊斯高分翻俾右邊嘅巴爾，跟住彈翻俾中間伊斯高。其實都最主要中場皇馬嘅中場都係靠伊斯高同埋摩迪去做發電機噶。好，分翻俾左邊少少嘅迪馬利亞，再分俾邊線嘅馬塞路。馬塞路一個插發俾翻入邊少少嘅迪馬利亞。好，一輪喺度扭嚟扭去嘅時候，再次一個出波。哦，見到米連達。第一時間摘翻個波出嚟，輾轉之間一輪混亂之後咧，俾阿高癲咧第一時間解翻圍出嚟嘅。阿摩拉達都有揾波啊，好可惜啊！咁啊，有個數據可以同大家講講啦。喺過去嘅歐洲嘅頂級杯賽嘅賽事嘅決賽咧，有15次係90分鐘係打和噶。咁啊，其中有4次係打加時就可以分得出勝負嘅。咁啊。有一次就要重賽啦，咁啊重賽好多世紀之嘢，1974年噶啦，剩翻嗰啲全數係要打十二碼噶，最少有84啦、86啦、88啦、91啦、96啦、200、101、03、05、08同埋12年都係嘅。最近嗰次就係車路士攞冠軍嗰次啦。啊，係啦。啊。再之前嗰次都係車路士射失嗰次。輸俾曼聯啫嘛，嗰個。08年。再之前就係拜仁啊，可能。不是拜仁，利物浦啊，系啊，利物浦。再之前就 AC 米兰四赢十二码啦。其实很多时候加时咧，个心理都是大家都不想，即系唔够胆去好进取去搏咯。好，而家头先见到啲传送数据，沙祖拉莫斯系占据住全队最高嘅第一位嘅，咁成功率有80几%嘅，真系死得你真。好，见到好，马塞洛佢左路推进啦，结果逼到加比一个从后拦截犯规嘅，再次俾咗张黄牌俾加比。咦，加比之前有冇攞过黄牌噶？冇嘅，咁好啲，咁啊应该唔会不至于打少一个，但系见到个位置输个罚球位置，其实都几危险噶，危险啊，几斯朗。那个位置都几斯朗，系啊，但以斯朗今日咁嘅款，仲射唔射到啊？抽抽地噶啦，佢射完射入咗咪唔抽咯，射唔入咪哎呀咁样，哎呦，哎呀咁样咯。好，见到一个，但都离门大概25码左右咧，介乎临近于 K 角位嘅有一个嘅罚球啦。好，见到斯朗呢个时候又喺度叉晒码，起晒杠，扎行码，准备处理一个罚球啦。错够你啦！呢啲对佢嚟讲就 O K 嘅，一脚半脚嘅波。好，见到斯朗喺度聚精会神准备处理啦，摆晒款啦，例牌噶啦。好，一轮射翻个近处，结果散到嘅人场，咁啊再次逼到右路一个嘅角球。我都唔明点解斯朗喺度鬼叫什么？因为佢话手球，话散到马德里体育会个人场嘅手系加比添啊，仲要系。但系呢下其实都。佢同就算你唔散用嘅手臂，都系散用嘅心口，其实都吹唔到。阿加比对手咧收咗喺个心口入边嘅身体入边咧，其实就你可以话系波打手咯，佢冇特登扬只手出嚟拍个波嘅。好，头先个
角球開出嚟啊！咁前串點馬體會嘅有球員已經散咗出嚟，集咗出嚟啦。好，諗住再次發動攻勢嘅時候咧，結果俾馬體會諗住打個反攻，結果短兵相接一個一撲一碌，結果輾轉之間咧，去到踢下泰亞高手上彈翻俾左邊嘅高基，跟住就俾阿摩拉達鏟出邊線外面，咁啊一個界外球。咁啊時間去到100分鐘啦，咁啊仲有5分鐘就已經去到上加時上半場完啦。其实呢下其实都勉强都是叫守备，其实冇噶，我话俾你听，冇得守唔守备噶。嗱，我话俾你听，球例咧就总之个波打中只手咧，个球证就有权吹罚球啦，喺任何地方。咁如果个地方系喺十禁区里边嘅，咪12码咯。咁但系个波究竟佢应唔应该俾或者系判罚咧，就喺球证嘅角度觉得佢有冇动机同埋有冇心去做嗰件事咯。咁呢个波其实就好难判，因为点解咧？第一，佢我哋头先啊。Kelvin 讲嗰样嘢啦，佢冇乜动作，同埋个波系即系比较被动咧，佢缩低咗只手啦。咁但系个重点就系佢，因为佢个人本身跳起而系背住个波噶，佢都唔知道个波散中边个位置。咁所以佢球证就认为咁样之下，我觉得啊，佢认为咁样之下就唔冇判罚到，同埋呢啲咁嘅大赛咁样判一个，真系唉、哎、出晒名啦！即刻你想、啊、你真系唔想喺马德行街咋？即系唔系啊？即系出到李斯本先讲啦，离唔系离唔离开到呢个球场都冇人包啊，大佬真系。到其时出分分钟马德里内战啊，真系。即系或者咁讲系似一个波 hand， 我哋俗称波 hand 就多个 handball。系咪？即系其实简单啲讲句咯，呢、這个波球证觉得佢冇乜。好，阿达里美列就咁样将个波一个谂住手榴弹抌咗入去，点知就俾阿华拉利第一时间就将佢一脚勾销翻出嚟啦。我都发觉呢场波咧有几个球员啦，特别系阿斯朗啦，系啦，前边斯朗系一个好严重啦，吓巴尔亦都系啦，呢两个球员一定系冇带八达通啦。咁巴尔都有嘅，但系去到最后竟然出唔到集咯。系咯，咪冇钱啊，一百通，冇错，出闸脱脚。见到而家呢下咧，马体会喺个左路谂住搞两搞，谂住有冇计嘅时候咧，见到华拉尼一脚踏咗上高空，跟住见到阿摩迪谂住一个倒挂谂住解围出去啦，沙子瓦拉莫斯嚟嘅，见到卡华即啱啱好暂停咗阿加比嘅左路嘅推波。咦，这个时候球证吹了去一个角球，角球来的。我现在发觉一个问题，皇马球员开始的体力上呢，比起马体会的跌窝的程度呢，皇马比较严重。攻了这么久，其实我球未出界。因为球例讲明个球是必须要全个球完全出界。出界先的。这个球其实是个窄界。左路一个角球了。会不会冤枉来呢？好，头柱出来的时候叫摩拉达。冤枉去。砸回个球出来了已经。啊！其实马体会都喺自从失咗第呢球之后咧，开始攻翻啦。但系佢其实领先紧嘅时候咧，一直做唔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去炸低攻你啊！去箍住个波喺皇马嘅前场，系做唔到呢样嘢，所以先俾人禁住喺半场打。而家咧就好翻啲啦，个情况可能系因为体力嘅问题啦。相对啦，我觉得皇马亦都松咗啦，因为其实。强的球员通常压力一放松了之后，他整个人松晒噶嘛。好，见到一个右左路的出波啦，又系第传中、哎、第一点又俾阿沙子朗先弹翻出嚟。斯朗谂住打个反击的时候咧，结果好明显嘅球证再次吹罚咗啦，似人走啦，系嘛？呢个时候咧，其实球证唔谂住俾牌嘅，但系见到皇马成班球员咧，梗系同你嘈啦呢个。谂住讲收数佬咁讲，其实见到呢下斯朗插水噶。但都冇啊，唔係佢呢個波嘅插水又可以理解嘅，因為佢驚傷啦。因為呢個波其實證明另外一樣嘢，肥馬就係的而且確斯朗好怕傷，佢好驚傷。呢個波其實根本上就係人哋就算一篤甩就踢落去，踢唔踢到落去都好，佢已經自己跳定先咯。嗯，你睇得到啊，即係呢啲小動作咧，喺我哋去觀察之下咧，就睇得到佢哋啲球員咧嗰個心理狀況而家係點樣咯。好，跟住而家見到左路嘅攻勢啦，咁啊馬塞路攞住個波，咁啊彈翻俾阿迪馬利亞，彈翻去中間俾阿摩迪諗住彈前，迪馬利亞攞住個波俾咗巴爾，跟住摩迪又拎翻個波喺個 K 個位推翻個大位，好，跟住俾阿摩拉達攞唔順個波，咁啊結果俾艾特偉啊高癲嚟嘅，咁啊砸翻出去邊線外面。睇個大中加時上半場差唔多完啦，應該就。好，而家开翻出嚟啦，咁阿摩迪准备应该去策动最后一个攻势啦。好，俾咗
巴爾，結果俾阿高點砸翻停個波，解圍出去出面。咁啊，球證都已經望緊個表噶啦，睇下究竟仲有補多幾多少少時間啦。保持一分鐘嘅，原來仲有半分鐘時間。好，見到沙治羅麥斯分翻去右邊俾阿摩迪再次發板，摩迪又彈翻俾巴爾，回翻俾摩迪。好，跟住見到摩迪都企喺度，喺度咦望望啦。好，跟住見到啊。右路一個出波，哦，諗住傳俾摩拉達嘅，結果俾阿艾特維列特就頂，河西蘇沙嚟嘅，頂翻出去底線外面。個球啊，馬體比係好聰明，佢完全唔會俾你喺個邊度猜兩腳引曬啲人出去，佢點都集翻三至四個球員喺個禁區裏邊，所以都幾惡搞喎。左路嘅個球，迪馬利亞準備去開啦，開咗出嚟十二碼點落，哦，見到呢球波頂得中嘅，但係個。力度都是冇乜嘅，咁啊见果俾阿哥图尔斯啊咁啊接实咗啦。相信而家呢个时候，咦？点解见到斯蒙利冲咗出嚟，同阿球证喺度讲数嘅？系咯，哎呀，哦唔系，哦哦，加时上半场完咗，哦吓死人添。我哋呢度咧，大家要知道我哋冇声听得到啊，所以我哋唔知道原来佢吹咗嘅。明白。见到啊，头先见到斯莫利冲咗出嚟，我以为我心谂住做咩事冲出嚟，系捧杯咧，唔系捧杯啊，谂住以为出嚟打个球证啫，我以为。好啦，咁啊讲一讲少少另外一个数字咧，咪呢个咧话原来最近嗰次咧系可以喺呢个叫做欧洲最高级嘅赛事嗰度咧加时分得出胜负，喺1992年嘅时候啊，当时咧。巴塞隆拿咧就喺呢个温布莱球场咧就赢咗森多利亚嘅，哇，都好耐历史，都好耐啊！即系对上一次玩到咁啊，已经22年前嘅事啦，应该嗰阵时温布莱都仲未重建啊，大佬。而家我谂领队唯一一样嘢就系同佢哋讲，嗌埋佢啊，唔好抽筋啊，咁咯。其实冇乜，即系冇乜锦囊噶啦。去到而家呢啲人又换晒，嗱，个个都要拉筋。大家嘅叮叮查查都全部攞晒出嚟嘅，已经去到。可以点啊？你话唔好伤，唔好攞红牌，你方便你射十二码，俾个牌。我相信呢两队波去射十二码，我又觉得。两个龙门都翻唔上水准啦，一个都系国家队啦，一个就都新日之星啦，系啦。咁可能去到射十二码嗰个途中里面，可能卡斯拿斯就会有啲大赛经验方面比较会丰富啲。咁但系射嚟讲，我相信压力亦都喺翻晒皇马度。全班人都系射惯嘅，理论上射惯，但系个压力就喺晒佢哋。皇马就比较射惯，系咯，射嘅系啦，所以。好五波啊！呢场波，因为一开波我哋已经讲啦，直至现在啦。咁啊，睇翻啲自己写低咗啲笔记里边之下咧，就都系觉得我今日系赞赏一样嘢嘅。马体会不论系虽然嗰个角球系失咗个波啦，但系喺自己嘅角球攻门同埋防守个角球方面，其实马体会今日做得。都是不错的，证明了事前功夫其实做得很好的，是的，看整体性是真的，是的，整体性非常之好。那么现在这种时间就真的要靠那些所谓的星了，那么看看那些是天王巨星啊，只是挑那星了。现在刚才看到画面有个穿着七号的天王巨星，看来都是挑挑地那星的。即是他已经好了一点了，即是病情起码没有恶化先的。是的。恶都是东西。至现在为止讲一讲，如果皇马攞冠军的话都还可以的 ,1.5 倍啦。马体会就 2.4 的。我不推介的了，这些。不推介了，不过要讲一讲，即是听众可能未必知道。好，加时下半场开始啦。好，見到而家右路一個諗住俾阿祖安嘅時候咧，結果控唔好個波咧，就俾皇馬攞住個波策動快攻，結果巴爾攞住個波嘅時候，點轉之間去到左邊嘅馬塞路對住一個對住兩個，好對住艾特韋列特同埋對住桑法蘭同埋荷西蘇沙嘅時候，結果逼到一個界外球，好抌翻出嚟嘅時候就俾咗迪馬利亞一個45度角嘅出波，好輾轉之間見到桑法蘭。滚水六脚咁样俾阿摩拉达睇下会唔会偷到机，结果偷唔到机，解围翻出翻嚟嘅。好，跟住见到左边啊边线过咗三集线，过咗个中圈线啦。阿祖安咧，结果俾阿伊斯哥踢翻出去横边界外。依家咧，大家都会有，其实而家咧，只要即系点讲咧，只要皇马譬如伊斯高啊嗰啲啱啱后边换出嚟嗰啲咧，佢唔去即系点讲，唔好去石力。
佢逼埋去咧，分分鐘係有著有啲意外收穫嘅，因為大家個體力咧，坦白講連腳都遞唔起啦開始，咁所以我覺得係啦呢個情況喎。睇下皇馬，我相信係啦，睇下有冇機會啦。我而家睇呢個分野係真係比較大，因為馬德里體育會係開波，一開波已經換用咗一個換人名額，呢方面係比較蝕底。蝕咗啲啊！不過嗰個坦白講，嗰個佢啊打條數啊預咗嘅，不過就估唔到咁快啦。我見到馬塞洛過咗一個嘅時候，彈翻俾中間嘅 C 朗對住高天，咁見到高天飛鏟嘅時候，佢即刻避開曬噶啦。我跟住彈翻去俾左邊嘅迪馬利亞出，再次出波過唔到桑法蘭，跟住桑法蘭彈咗俾阿何西蘇沙，一跟住彈翻俾阿桑法蘭，好過唔到沙之後啦，我先擲翻出嚟，見到摩拉達攞住個波就彈翻俾伊斯高，再次策動攻勢。見到馬塞洛回翻俾佢時，其實都係見到。皇馬都係攞住中場攞住個波，而家係定咗好多噶啦。跟住見到俾咗右邊嘅卡華查彈翻俾右邊嘅巴爾，對住艾特偉列特推翻去埋去大位。哦，結果推環嘅時候，結果俾人哋截到個波。哦，一輪高空波彈翻落嚟就彈翻去左路邊線啦。馬塞洛又再次攞住個波圍攻姿勢噶啦。好，彈翻去中間俾阿沙治羅莫斯一個直線屈入嚟嘅時候咧。俾馬體會嘅球員解翻圍出嚟，再次策動反攻嘅時候咧，其實咧見到佢過唔到三閘線啊！而家總體嚟講，馬體會嘅波已經係去到好一個嘅射門散中人啊，結果高圖爾斯係雙手接實嘅。嗱，睇得到摩迪而家踢嗰個位咧，係非常之好啊！佢真係識踢呢個位啊！其實我覺得即係開波初段擺嘅時候，點解唔考慮將摩迪擺呢個位置咧？我覺得摩迪打呢個防中咧。好稱職之餘咧，個上落時間 timing 係非常之準確，同埋佢有佢嘅個人技術啦，打得真係非常之好。係啊，呢場波其實摩迪打得好啊，可能亦都係調翻轉啦，因為阿斯朗嘅黯然無色啊，令到佢啊更加覺得起眼啦。又同埋落後咗咧，令到佢安察提都好早。下半場嘅時間亦都換走咗基迪拉，令到佢喺呢個位置嘅發揮亦都比較好啊。係啊，同埋。我哋自己覺得啊，即係基本上呢場波，我覺得肥安最抵賺就係早好當機立斷，好早就換馬斯路出嚟咯。好，見到加比準備開出一個嘅角罰球啦，球嚟噶。好，應該個位置應該大概三閘線右路嚟嘅，右路啦。靠呢啲好開咗出嚟，一個高空波凹入嚟，跟住去到小禁區，結果俾阿卡斯亞斯接實咗個波啦。咁啊，卡斯亚斯喺度睇人准备策划快攻，哦，个波开咗去右路俾阿巴尔，巴尔攞住个波，哦，见到阿高天，见到桑法兰夹下夹下顶到个波之后夹下夹下弹出去横边界外，哦，跟住个界外球开咗出嚟俾阿伊斯高，伊斯高弹咗俾阿右边巴尔，哦，巴尔起动不了，佢完全起动唔到啊，佢转唔到身啊，哦，跟住见到艾特韦利就弹翻俾中间嘅俾阿祖安，阿祖安弹翻俾右路。哦，见到佢谂住再次推嘅时候推唔顺啦个波，哦，见到推唔顺之后咧，见到阿C朗嚟嘅回防回翻到嚟自己嘅角球旗嗰边，就俾翻阿沙治奥拉莫斯，再次弹翻俾左路嘅马塞洛，又俾翻阿C朗又俾翻阿卡斯亚斯再次解围出去。第一点，哦，泰阿哥集唔到嘅时候咧，就俾阿迪马利亚攞住个波弹咗俾阿迪马利亚。好啦，跟住加翻中间，迪马利亚过咗一个之后，集唔到波，哇！高翻嚟啊！你高翻嚟，一亿啊！见到呢下其实，左边嘅迪马利亚一射散中人嘅时候，见到值一亿啊！咩叫做？见到巴尔其实嗰下嘅后上保中嗰下，其实个。時間 timing 其實都幾準啊！亦都見到安察雷提呢個時候準備咬，提應該係拍香口膠嘅，因為佢拍香口膠嘅原因係因為佢準備應該會同啲好高層嘅歐洲足協嘅人傾好多偈啊，所以拍定香口膠。係攬曬啊，攬頭攬頸啊！加利夫巴爾十二場入咗六球波，加利夫巴爾咁啊！呢度喺110分鐘嘅時候係啦，想講下呢球波啦，哇！過咗好過得好靚啊，一個過兩個。只能夠咁講啦，其實你見到其實呢個係成個馬體會成場波裡面後防最鬆散嘅時間咯，我只能夠咁講。即係我成場波一路開始都強調就係話皇馬係完全冇一啲，即係冇人帶八達通喺度講笑咁講，即係冇一個球員去做一啲突破性嘅工作。其實呢啲工作一般嚟講都唔係迪馬利亞做嘅。
應該就斯朗做嘅喺嗰啲位置度。咁但見到你斯朗喺個角球旗嗰度喺度叉下叉下，喺度 hea 緊嘅時間，呢、這個波終於係迪馬利亞就做到一下啦，入咗錢啦，做一下就得啦。簡單啲講，八千萬啫嘛，人哋斯朗，你呢一億啊嘛，點同啫？咪坐錢啦。唔係都係嗰個威爾斯係咪冇粉踢咧？一來冇粉踢啦，不過咧要講講啦，原來呢球波好好緊要啊！就係呢個威爾斯歷來首次向呢個歐洲嘅最頂級嘅賽事，最頂級賽事係可以入到波，呢個第一個威爾斯人可以做得到嘅。你之前有都有唔少威爾斯人踢過，傑斯都唔得，都唔得啊！問題係，硬係想抽佢水啊嘛。比南美嗰次嘅歐聯決賽咧，就後備冇換出嚟，抽佢嘅啫。好，呢、這个时候111分钟啦，马体会由领先变咗做落后啦，究竟仲有8分钟时间能够可以做到啲乜呢？真係要睇下马体会嗰班球员可以 pick up 返个心情去到边个地步啦。好，呢、這个波弹斩咗入嚟嘅时候，见到应该吹罚咗进攻犯规，进攻嘅犯规㗎，见到啊大卫维拉喺度将个头系咁坐落个地下度，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嘅。唉，如果我批啲波，好似我批到六合彩咁啊，发达！哇，迪马利亚都值得一睇再睇啊！唔系呢个波就其实坦白讲，如果佢唔系死咗脚咁样去射咧，亦都唔会做到呢一个咁嘅入球出嚟。因为如果好嘅入，如果呢个波系右脚嘅球，有右脚球员咧，佢就用扫把脚戳噶啦，就唔会夹硬攞脚面去拉个波，俾佢挡翻出嚟，然后跟住有呢个角球咯。有少少投訴啊！馬體會同個球證話佢未吹雞之前開咗個波係嘛？誒、oh. 欸，佢領先嗰先咪係咁，大家咁話啦，唉。好，見到而家皇馬全軍調轉曬啦，後曬啦，跟住見到一個高空波砸埋嚟，跟住見到卡斯亞斯出嚟又搶啦，哎呦，見到泰阿高諗住射個空門，點知？散中人應該是卡斯亞斯肯定沒聽佐敦講波啦，有中堅在這裡還出來我覺得他本身比賽狀態一定是不夠啦，因為一個即踢幾場波，一年踢了幾次而已，而且這個波我覺得又是那句咯，他是真的不需要那麼快出咯。其實你看到華拉尼在那個位置那裡，雖然被兩個人夾住，但是不需要真的出到那麼遠咯。我覺得有某情況上他是很想表現自己，然後跟著是顯示到世界盃有機會去爭開正選，因為佢希望係想博表現啦。咁但係我覺得喺依大賽裏邊依啲咁嘅時間平淡是福，係咯。當然呢個波好似又 foul 咗。好，跟住見到依個球波出嚟嘅時候，見到摩拉達二傳諗住 set 嘅時候咧，睇下高攞住個波，好見到高啲，好你睇而家邊個衝埋去摩迪啊？摩迪衝埋去，諗住分個波去右路嘅時候咧，結果呢球波大力得滯啦，見到馬塞路都。唔使點睇啦，已經將個波漏出底線外面。喺呢個時間，我相信係好考馬體會，因為馬體會好多時候都係踢上風波為主，即係一係就零比零，一係一比零，好少踢下風波。好啦，嗱，但係其實而家呢個時候，你見到馬體會嗰班球員已經喊曬口啦，已經係。即係我相信呢幾分鐘就真係考驗到馬體會去踢逆境波嘅時候點踢咯。亦都係將馬體會由天堂拉落地獄嗰幾分鐘嘅，真係。唉，真係保時嗰幾分鐘攞佢命啊！係啦。我见到呢个球波右路一个攻门啦，攻势啦，摩拉达喺右路攞住个波，同艾达维尼一拍嘅时候咧，拍出去边线外面，皇马一个界外球。呢啲咪经验咯，你马体会领先嘅时候，你根本做唔到呢一样嘢，只系一味将控球权俾翻皇马，但系皇马领先嘅时候，佢挨住条边同你踢。有啲咩咪跌咯，跟住等你揞個波出界，又界外球抌咯，咁咪又拖時間咯。呢就係大賽經驗咯，所謂嘅。一嚟啦，二嚟佢冇呢啲咁嘅球員去換出嚟換去做呢啲動作。因為我覺得仲有一個補充嘅，頭先我都認同阿肥馬講嘅，就係因為你馬體會裏邊係冇一啲可以保護能力、保護球能力強嘅球員啦，最強嗰個都出咗去咯，咁所以變咗佢亦都有佢嘅難度，因為韋尼都唔係嗰一種啊。所以變咗有啲難度嘅，佢想將個波停耐啲，都佢都想嘅，但係冇嗰啲人啊，冇嗰啲質素嘅人去做。我諗可能因為迪亞高嗰時係太早嘅傷出啦，而令到迪亞高其實坐咗喺嗰邊啲球員後備席啦。見到啊，而家話過唔到嘅時候咧，伊斯高攞住個波彈翻去中間嘅時候咧，就俾阿馬體會球員接到個波，諗住打個反攻嘅時候咧，哦華拉利從後啊唔卡華積嚟嘅，從後侵犯犯規嘅，攞牌啦係嘛？攞唔攞啊？冇攞啊！嚇咁傻？好，116分鐘啦，已經去到離完場前仲有4分鐘嘅時間。馬體會都唔追究㗎啦，冇得追究啦，而家仲想點啊？快手啲啦，真係。好，一個波吊埋嚟，跟住見到啊，
卡華積爭領輸咗嘅時候咧，但係第二點咧就俾皇馬嘅球員攞住個波，伊斯哥喺右路推進，好、哦、推過曬嘅時候，哦過咗第過唔到第一個點啦，已經係咁啊變咗啊高點攞住個波，咁啊左邊啊加比準備疊下式掩護，但係彈咗翻俾中間俾啊，哦過唔到啊華拉尼啦已經，見到馬塞路回翻俾摩迪，摩迪好交翻俾右邊嘅摩巴爾嚟嘅，巴爾推翻去峨眉月頂嘅斯摩拉達，摩拉達彈翻俾左邊嘅斯朗。斯朗跣低咗嘅时候，哦，俾翻峨眉月顶嘅马塞路，马塞路再交翻俾哦一轮波自己嘅时候咧，跟住见到摩迪好再次控制翻个节奏啦，交翻俾左边嘅马塞路，得翻五个人到而家后场啊！其实见到马体会嗰班人成班都企晒喺度啦，其实已经喺度好似投降啊！我都系鸟笼战术，准备收工啦。好，见到马塞路一个推过晒嘅时候，左脚一射，哦，三比一。118分钟，这个球波纯粹锦上添花嘅啫。落雪季咯，冇啦，嗱，即系如果三比一，应该都冇噶啦。哦，咁应该皇马即系呢个时候啦，99% 攞冠军噶啦，肯定啦。唉，皇马将会第十次成为欧联嘅白，即系第十次嘅欧联冠军，亦都系历史上最攞最多嘅，不嬲都系最多噶啦。都系最多噶，系啦，不过系只多一次咁解嘅啫。唉，你唔好成日用历史嚟打飞机啦。为什么我不懂批落彩呢我只能这么说，其实拼到这一刻呢，其实马体会的情况呢有一点像上年的多蒙特的。是啊，是。就是板凳深度不足刚才说的那样。第一其实都是去到拼到最后才输的，其实都是。真是临尾那一刻。好，见到马塞路一个。其实都冇乜，即系其实见到马体会嗰班球员，其实都体力都冇啦，都冇得再去扑埋去啦。见到都讲啦，始终啊太早伤出啊嘛，地哥高斯达嗰度，所以真系个个都撇噶啦，手底入咗呢、這个。我谂系重点，头先我所讲嗰样嘢啦，你系唔可以。如果我哋喺教练或者另一个角度去睇咧，系不得不犯，即系不得不赞肥安再次讲马塞路换入嗰、那个，即系嗰个当机立断系好紧要咯。你睇得到成場波裏面只有馬塞路係攞個波係向前推動過去同埋去嘅兩次啫嘛，另外一次就係、是、第一次就係阿迪馬利亞啦，迪馬利亞第一次已經搞掂啦。我呢個時候馬塞路攞咗張黃牌嘅，頭先佢摸個衫，佢摸個衫啊，摸咗衫平，因為入咗球波嘛，摸咗衫嘅。係啊，但好似好激動下喎佢，梗係激動啦！喂，歐聯決賽加時入波，仲要係。已经是叫绝杀禁制。我见到斯朗在这个时候在个左路在扭下扭下。哦，吹罚十二码。哎呀。哦，高啲嘅，桑法兰嘅犯规。呢个时候，卡斯亚斯要出嚟将功补过咧？唔系啊，斯朗会唔会射唔入咧？斯朗系出嚟执鸡咯。呢个时候，我觉得最真呢个时候。如果斯朗入嘅话咧，佢就会系今届嘅第17入波噶啦。哇！射一早已经系神射手啦，佢都冇人同佢争。系啊，如果佢入咧就17，唔入就16。哦，唉，都算啦。我觉得呢个时候咧，C 朗咧其实喺度咧，喺度做乜嘢咧？喺度呢啲系最抽水啦，抽水一个方式嚟形容啦。其实系唔系一个球王应该要有嘅一个表现咯？成场波喺度缩下缩下，唔系收，阵间收档嘅时候就睇啊。哦，呢个时候咧射翻去龙门嘅双黄灯牌先，攞黄牌先。喂，大佬，我呢度卖嘢噶，大佬，我几辛苦都系希望除到件衫啊！屌，真系有件有本书系要除衫噶嘛？咪咯，唉，估唔到最后系呢一个比数啊！结果系加时之后。咁讲啦，马体会拼到最后一刻，我只能够咁讲啦。你力有嘢睇啊，除衫啊，除完啊！哎，最后，哇，几多嘅朱古力啊，李力，成排啊，佢都要 show 呢啲嘢啫，咁都要俾 C 朗出嚟执翻个尾赛，我真系觉得好，真系冇嘢好讲嘅呢啲真系，黄牌咯，有黄牌，黄牌唔紧要啊 ，show 证明上个礼拜出过嚟，你哋嗰度真系学到嘢啊，有黄牌啊，系咯，但系有 show 两粒提子，攞个黄牌惊咩咧？哇，大佬，佢嗰度。真系风光万千少女都系靠呢下嘅咋，系靠呢啲嘅啫嘛，成场俾人闹到而家。你睇下阿李宁嗰边一路闹一路睇一路闹一路睇咁咯，系咯。着翻先，
慢慢嚟，唔使。好呢、這个时候咧，阿斯蒙尼已经冲出去咧，应该开始聊事斗非啦，应该就嚟啦。拉队嚟场快啊！喂，仲有少时间、啊。斯蒙尼又出咗嚟。少少时间输多球啊！而家4-1啦，大佬。我谂差唔多噶啦，冇噶啦。应该差唔多啊，冇噶啦。斯蒙尼會不會有少少係想即係即使你攞冠軍都俾潑下火咧？唔係，即係我覺得佢可能我估啊，我唔知啦，我估佢而家個情況就係可能係因為覺得斯朗喺度即係入咗個波之後拖得太長時間啦，即係亦都有啲表演成分咯、啊，令到、啊、你搞到係咪先？二嚟感覺上就真係好似好冇睇，即係佢覺得好冇睇好精神啦。係啊，咁雖然斯蒙尼當年都嚇，大家咁蛙嗰啲，唉，搞到咁。哎呀，不過就有啲沉重咯，令到個氣氛就大家出曬嚟咁樣。但係場波係未完嘅，而家係122分鐘啊！場波啊，球證未吹完場雞，球證應該會早啲吹噶啦，因為其實嗰個勝負亦都分咗啦，冇乜意思。4-1就真係冇得再補嚟都冇用嘅，根本係。係啦，係啦，而家都仲喺度爭拗緊。阿斯蒙尼仲未有。我見到依個時候咧，俾咗張牌，球證俾咗張牌俾阿華拉尼嘅，咁應該係應該。關於佢同斯蒙尼咧有些少嘅衝突嘅，應該係。誒、欸，但係有紅牌係咪俾斯蒙尼嘅咧？唔係，集名嘅。集名。唔係佢有權趕佢走噶，有權趕佢出場。但係去到咁嘅時候就算啦。哦，趕咗佢走啦，趕咗，真係趕咗，係握手啦，應該趕咗出去啦，趕咗佢出去。喺第一個情況，佢但係佢喺個細節係趕走咗啦，仲係同職球員喺度，同埋在場嘅職員喺度傾緊啦。但係佢應該係趕走，但應該係被逐離場嘅。正常啦。斯蒙尼上咗去觀眾席坐翻低㗎啦，而家咁但係 C 朗呢條友啊，真係真係趕咗佢出去啦！嗰啲咁嘅心情喎、啊，我成功搞低咗佢啦，用 NBA 形式嘅半場笠埋佢，冇啦，好完場啦，球證出咗場已經完場啦，4-1加時之後嘅賽果嚟嘅。皇家马德里第十度夺得欧洲联赛冠军杯冠军，都恭喜皇马啦，系啦，系都恭喜嘅。其实整个比赛皇马系踢得即系攞呢个冠军，我觉得都系合情合理嘅，因为佢之前付出嘅都系真系明码实价地打得赢，系咪先？咁但系重点就是、当然啦，会系令俾我感觉就系、是、会邓马体会可惜嘅。因為佢今年嘅表現係，即係我哋想知道我哋講嗰啲咧，都係留意翻我哋何輝嗰、那個同阿何輝做嗰個訪問啦。咁今年我哋覺得係即係我好認同何輝所講嘅，即係佢譬如一路睇住佢去到話用啲咁嘅體能去踢成季啊，睇下你到幾時先會去到嗰個調整期或者叫回氣。誰不知佢好短時間之內佢又頂得住又嚟過咁，即係我覺得我預計啦，又好似又係我之前預計當中啦，係咪啊嗱？這個冠軍就是馬體會啦、嗯啊、杯賽就是、即是歐聯的決賽杯賽冠軍就是皇馬啦、啊啊、但我覺得都、啊、即大家是平分了這件事啦，我覺得都好的，因為你們就有朱古力看啊，那、哎、都始終是大賽球隊啦，皇馬那踢起歐聯上來那始終都是比較可信啦，那同埋亦都認同你之前所講話馬體會、都值得一讚，因為這班波他們亦都唔係坊間所講嘅金錢足球啦，又唔需要隔百二場喎，咁佢哋亦都表現得好好，咁所以係啦，亦都攞咗西班牙聯賽嘅冠軍啦，咁、啊、樣貴神話嗰啲咯，係咪先？啊，真係啊，借渣咁嘅價錢燒鵝髀咁嘅味道啦，嗰邊燒鵝嘅價錢喎，嗰邊嚇，即係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好難得嘅，你就睇得到馬體會呢幾年不斷咁。買前鋒佢又有前鋒，再買前鋒佢又有前鋒，咁其實呢啲亦都係前鋒工廠嚟嘅，係啊，真係好好嘢。咁我覺得衰敗有榮啦，係嘛？即係你大家同事坦白講句，都今季你都從來都話即係贏多輸多贏輸多贏少嘅情況之下，咁同埋大賽方面即係對於馬體會嚟講，我相信去到呢一步達標啦，咁啊當然行到決賽啦，係啦，佢個 score 我覺得係好難。好難將兩條線都可以踢得咁好，其實已經踢到好好，因為佢哋、啊、踢個方式係太體力化，即係去到呢啲時間，你都睇得到佢哋都抽筋嘅，都睇得到係皇馬抽筋比佢更大啦。係啊，一個冠軍一個亞軍喎，最後、啊、都咁樣。不如我休息一陣啦，翻嚟睇頒獎啊，好嘛？好，有一陣見。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
两雄在欧洲最高舞台再遇，将会搞成点呢？星期六深夜一点半，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仲系啱啱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两届欧霸冠军，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仲会搞成点呢？星期六深夜一点半，足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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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到时记得登上 onlyone-radio.com/UEFA。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32届嘅联赛，前后。好，翻嚟，而家我哋睇紧人哋喺度挑紧个杯啦，即系现场咧就喺度挑紧啊，其实都系挑个六个。挑马德里啊，吓，总之都系挑乜，都系挑马德里噶啦。我现场见到啲记者已经皇家定系体育会咧，系啦，唔系诶，马体会应该快啲嘅。就 ATM， 梗系唔系啦，佢叫成个噶。咁啊，皇家马德里应该少不话啲嘅。咁啊，我哋啱啱咧，即系咁讲啦。阿 Rio 咧喺我哋个 group 度咧，亦都讲咗句拜拜马体会啫嘛。拜拜马体会，佢最出名嘅拜拜名句啊，拜拜。系啦，即系我哋要同两位讲翻我哋 FC 嘅主持 Rio 最叻嗰句说话叫拜拜。拜拜。哦 ，OK。同埋呢个喂，拍新嘅呢个新嘅，尤拉特拍尤拉特，详情都要听翻你哋先知啦。点解仲会抽到？系啦，咁既然系咁，而家我哋即系趁佢未班之前，我哋读一读咧整个数据啦，咁样即系全场数据啦。咁咧就控球比率咧就当然皇马高啲，60-40嘅。咁黄牌经过头先嗰两个咁嘅入波之后。攞多兩塊咧，所以變咗就係呢、這個皇馬攞咗五塊黃牌，咁啊馬體會攞七塊嘅。角球打和9-9，咁啊至於咧危險攻擊咧，嗱、這個有咁嘅數據嘅，即係佢哋判定為危險攻擊嘅咧，皇馬有94次，而呢個馬體會咧得50次咋，哇爭咁遠嘅。哇！呢個危險攻擊，我都第一次見呢個數據。有威脅攻門啊嘛，即係有威脅攻門。
咁啊，另外啦，就即係射門次數方面啦，就係皇馬就21射12中，而馬體會咧就10射6中嘅。咁啊，至於呢個總共全球次數啦，即係唔好嚇親啊！皇馬咧就801次，馬體會就487次，足足爭300。哇！走動距離啦，總走動距離都可以講埋啦，就係呢個咧皇馬個數字就係147842米。咁啊，馬體會咧就148089米嘅，即係不過馬體會跑動多啲係啦。咁就越位咧就馬體會就4次，皇馬就1次都冇嘅。犯規方面咧就哇喺即係兩邊加埋都好多。咁啊，當然啦就係、是、呢、這個馬體會多啲，馬體會27次，皇馬19次嘅。我補充少少啦，通常都係咁嘅。你冇波在腳嗰度一定係跑多啲噶啦，因為要搶個波嘛。啱嘅，唉，搞到咁。依、这個時間咧已經我哋依個時間已經去到5:30嘅時候咧，咁啊見到而家開始準備頒獎儀式啦，見到先俾球證，先俾佢球證先嘅。正常啦，通常都係咁噶啦。嗱，順序就球證，跟住就亞軍，再跟住冠軍嘅。啊，好七多個喎，有七個。因為有啲底線裁判啊嘛，好而家見到咧，皇馬主席佩雷斯都喺個頒獎台上面啦，同埋歐洲足協嘅主席帕天尼啦，同埋歐洲足協嘅秘書長都喺度嘅，咁啊當然啦，挪威依家亦梗係帕天尼出嚟做噶啦，咁啊見到啊開始逐個球證啊嘛，啊今場做得好啊，唉搞掂佢，哇你嗰啲咁有啲對白，今場做得好啊。冇嘅，冇呢啲嘢嘅。好，又冇曼联，又冇巴塞，冇呢啲嘅。咁就总要整对嘢出嚟噶嘛。偷笑嘅。好，呢、這个时候咧就亚军嘅马德里体育会就上去就领奖啦。其实呢个奖咧，即系我哋都试过攞，即系攞第二嗰啲嘅心情咧，上去攞嗰个奖咧，真系都唔知好捻好笑啊！杀捻咗我个啊！唔系，即系我佢其实呢个有少少。即係點講咧？我覺得即係要考究下係咪真係要頒個？即係問下波力克喎。係咯。喂，捉佢嚟訪問下。有機會啊，係咯。波力克真係攞亞軍。好明白呢個心情。佢應該完咗呢個足球生命之後，會開翻間靚湯嗰啲。阿姨佢化咗㗎啦，成個呢啲。化曬啦。化咗。或者喺咩啊？東莞上靚湯。或者東莞上面開間叫阿姨特骨店。唔係咁，佢哋唔係佢大把錢，佢應該係投資個地方做一個村。阿姨村。喂。補充翻少少啊，攞最多亞軍嘅足球員咧，應該係馬甸尼嘅。其實就唔好笑波力克，但因為馬甸尼同時冠軍都好多，咁所以波力克就少冠軍嘛。係啊，都係波力克。係一年攞幾個局亞軍啊嘛？嗰陣時五亞王啊，一屆內。咁啊，你要明白去到車路士嘅時候咧，佢打嘅歐聯咧都係攞亞軍嘅。係邪神嚟嘅。佢嗰有一屆世界盃都係亞軍喎，未揀你啦！安察洛提呢個時候嘅幾少得幾容光煥發咧，真係好。跟住話，帕天尼就對住斯蒙尼講：唔好再發癲啦！攞住個獎，翻屋企啦，翻屋企啦，攞住個禮物，買攞粒糖食啦。呢個時候咧，佩雷斯就話：做得好啊，安察洛提。ATM 一個穩中求勝的一個教練，典型真係冠軍教練，即係佢真係歐聯冠軍級教練，即係冠軍教練。唔係當然喺某情況上亦都係有運氣啦。你喺保時之間一個死球咁樣去贏到呢場賽事，咁啊即係嗰個續命波啊，真係係啊！再加埋即係阿巴爾嗰度真係最值得一擊，就真係呢、這個。你反而其實後面馬塞洛同埋斯洛納度嗰兩球根本就唔好理嘅，當即係佢哋兩個都係包水波嚟嘅。你要睇得到安切洛蒂，我今日我覺得贏呢場波最主要嗰個關鍵點就係喺馬塞洛度咯，絕對係。你即係未有馬塞洛嗰陣時候，對哇，即係完全冇進攻元素嘅，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即係換翻個落嚟爭好遠。你俾我揀咧，我呢場波我會覺得摩迪係真係我嘅 MVP， 係絕對係，我認成場去計嘅一定係，即係你又見到兩代球王握手啊啦，帕天尼同斯丹，唉，法國球王兩代都有獎攞嘅，都有獎攞，職員都有噶嘛，
見到佢就話摩迪由佢基迪拉換走咗之後，換走咗基迪拉之後，好明顯啊！打後翻些少嘅時候咧，見到佢控制翻個中場，調理翻個節奏，其實好順嘅。其實本身佢都真係啲立嘅，其實場波佢踢得。即係有啲受制，前又唔係，後又唔係，因為佢一個主導長傳比較好嘅球員，你推到咁前嘅時候冇得長傳啊嘛。你明唔明？其實呢一個亦都係有時有啲球員，即係好似碧咸咁，你叫碧咸打前鋒，或者你打到副鋒咁，佢冇用噶，係咪先？碧咸有用，佢係嗰句七船斬有用嘅啫嘛。嗯我見到摩迪阿巴爾都領埋獎啦，乾查都領埋啦，之後就迪馬利亞。咁啊，當然啦 ，C 朗嘅想做最威嗰個咧，結果就唔俾佢做啦，梗係尾三嗰個嚟嘅佢係。可以講一講啦，安察洛提今次亦都係佢執教生涯裏面第三個歐聯，原來咧得兩個領隊做過呢樣嘢啫。另外一個咧就利物浦嘅呢個，不如你先，乖仔乖仔，唔係比士尼啊，你講 Paul Blessley 定 Bill Shankly 啊 ？Paul Blessley。诶、欸，冇攞历史，冇讲历史，冇讲历史。好，见到阿白天尼，白礼达嘅时候同阿卡斯亚斯倾完偈啦。咁啊，通常你好彩你冇濑嘢咋咁啊？系、哎、真系，佢真系嗰下濑嘢咧。卡斯亚斯同佢讲：我吓亲嘅嗰下，摆明输我啦。咪到而家，我谂我谂呢个时候咧，好多皇马嘅球迷卡斯亚斯同阿帕天尼拥抱之后咧。咁啊，帕天尼將歐聯今屆歐聯獎杯就俾阿卡斯亞斯啊，頒俾卡斯亞斯啊，卡斯亞斯啊，卡斯亞斯係隊長捧嘅。咁啊，卡斯亞斯通常咧就一定係企翻去最高嗰點，跟住準備捧嘅呢個杯。對上一次佢就係一個後備換出嚟嘅一個後備龍門啦。去到12年之後的今日，點啊？整爛咗個牌喺前面，以隊長身份再次捧起歐聯獎杯啦！有冇爛啊？唔係，博口嚟嘅嗰位。哦，好。皇家馬德里成為今屆嘅歐聯冠軍。恭喜啦！亦都在場都噴起一啲白色嘅紙條啊，係一個皇馬嘅顏色啊。好，咁啊。话喺，时间我见到估唔到去到呢段时间先嚟，都好斑斓喎，个场面都，梗系啦，哇一格格我见到，哇好明显啲纸条已经，我哋啲卫星信号系有少少问题噶，喂一时快时慢，林修个效果唔错，已经去到六点钟噶啦，个效果都唔错啊，时快时慢，咁其实呢场波都皇马都值得都再一次恭喜皇马啦！哇，见到阿摩迪咁讲啦，巴尔阿巴尔啦，二比一嗰下嘅入球真系令到成个个战局系出现咗个崩盘嘅入球，即系一刀插入你心就系呢啲啦。咦，李慧敏喎、啊？哇系，哇系，哇系，李慧敏翻出嚟。好啦，我谂都时间差唔多，因为今日有啲加时啦。咁而家就嚟咗六点钟啦。咁啊，超时系咪要补水咧？我谂大家都其他主持有冇？有冇补充水啊？补充补水。得台长已经表示咗啦 ，OK 得咁咧。佢呢个详细嘅战后嘅赛后嘅分析咧，我哋再喺足球解读再同大家讲下啦。系啦，或者大家个别嗱，因为我哋今日都有个别嘅唔同嘅节目嘅主持人喺度啦。咁我谂去到自己嘅节目嘅时间，我哋可以再慢慢再去系啦，找数找数，最紧要找数嗰个找数啦。唔系找数就找数，想有啲咩心得或者分享嘅，就喺翻自己嘅节目度，因为事实上个时间都太系饮茄汁，不过算啦，之后找咧都多谢今日阿七个六啦，李力啦。嗱，系真系要多谢，其实咧呢度或者我去总结一下。系啦，咁啊，今日之后首先系多谢大家主持兄弟啦，即系大家都好辛苦，因为其实大家见到我哋呢个位咧，其实平时就唔系咁嘅。我谂如果你睇翻我哋啲相啊，啲相你知道啊，系真系嘥咗好多时间去为咗呢个比赛呢一场嘅直播，为咗俾我哋发癫，改咗好多唔同嘅嘢去迁就嘅。咁啊，亦都好多谢好多嘅兄弟啦，咁啊，包括坐喺度陪我哋睇波嘅兄弟啦，亦都要好多谢我第一次同阿领少做一次合作一个节目啦，我发觉佢系真系原来咧，佢系叫足球嘅数据王咧，其他嘅数据咧，咁啊，真系领少都系一个好好嘅数据王嚟，咁啊，之后我第一次啊，又见识到，咁啊，其他我哋直播嘅幕后嗰啲啦，咁其实嗰啲唔系幕后啊，好多个都系幕前嘅，咁啊，即系包括有啊七个六啦，今日真系辛苦啦，做监制啊，完全揸晒 beat 喺度听晒 headphone 咁帮手做啦，咁啊台长啊帮手揸机啦，咁啊另外就即系边可以少得我哋嘅
即係呢個李力係啊，李力喺度聽到啦，係啦，聽緊我講嘢啦，係咪先？因為佢戴住 headphone 啊，一定要聽我講嘢。哇！又露肌肉啊，跟住即刻忘㗎啦。嚇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各位兄弟，咁亦都多謝如果有睇到我哋呢個直播嘅所有嘅聽眾啊、觀眾啊、各樣嘢啊，咁啊，咁亦多謝好咗我哋嘅 sponsor 啊，咁啦，即係包括有呢個口行道康金啦，嚇，咁啊，多謝曬我哋有食物啦，咁啦嚇，有雞肉糖啦，咁啊，咁啊 ，anyway， 好啦，時間差唔多，咁啊，所有嘢係翻我哋自己節目裏邊再分享啦，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多謝大家，拜拜，拜拜。